第四百零一章踢馆逼你出来。第四百零一章踢馆逼你出来。张恒到了小旺村后，在马瑶的带领下，径直去了青龙拳场。在这里，无论是拳手的实力，还是赌钱的大佬层次，都要比其他三个拳场高级很多。张恒到了这里后，一眼望去，全场里坐满了人，而且个个都是有钱的大佬，身上穿的，手里带的都是奢侈品，一看就知道是土豪。在中间位置摆放了一张长宽十米的擂台，四周还有绳子拦着，在擂台四周设置了很多座位，呈阶梯上升。 这样，那些大佬就能更直观的观看擂台中的比赛了。马瑶，这擂台赛什么时候开始？张恒看到现在擂台赛上还没有人，便忍不住出声问道。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这次白德宇似乎邀请了不少江南各地的土豪，看样子又要搞小动作了。马瑶扫了一眼人群后说道：“他似乎对白德宇的手段很是了解，是吗？”张恒若有所思。嗯，白德宇经常利用裘茂燕的鼓来强行提升较弱选手的实力，然后通过压住重金来赢钱。马瑶如实的叙说道。马瑶跟裘茂燕关系较好。 所以从他嘴里还是听说过关于白德宇的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原来是这样，张恒想了想后又追问道：“那白德宇什么时候出现？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能确定，他今天肯定会来。”马瑶如实回道。张恒皱了皱眉头：“若是见不到白德宇，那就没法灭了他。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踢场子了，逼他出来现身。”这拳赛我能报名参加吗？张恒突然出声对马瑶说道：“可以，在服务登记处登记下就可以了。我带你过去吧。”马瑶说着往青龙拳场的东边走去。 而那里则是报名参加拳赛的地方。张恒跟着马瑶穿过了人群，很快就来到了服务登记处。来这里登记报名拳赛的选手并不是很多，因为熟悉这里的都知道，青龙场馆的选手实力普遍都很强，所以一般的拳手都不敢过来这里报名。不过，要是能在这青龙场馆里赢下一场比赛，就能获得一百万的高额奖金。张恒在服务登记处要了一张报名参赛表格，然后在上面填写了一些基本信息。名字张恒没有用真名，而是随便填了一个叫刘星。来这里报名参加拳赛的。 一般都不会用真名，而是会填写一些比较霸气威武的名字，好让台下的那些大佬在他们身上压赌注。选手如果帮大佬赢了比赛，有时候是会得到小费和奖金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里是地下拳赛，不能光明正大，所以在这里打拳赛一般都不用真名。好了，刘星先生，轮到你上台比赛的时候，兔女郎会在擂台上通知的。那服务小姐姐说着，给了张恒一个参赛选手的号码牌，十八。张恒拿了号码牌后，便在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静等白德宇的出现。半个小时后，青龙全场的拳赛正式开始了。白德宇嘴里叼着一只雪茄，站在二楼一间包厢里，透过玻璃窗远远地望着那擂台，手里还搂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郎。永安，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好了吗？白德宇扫了一眼自己的助理后说道：“办好了，老板，给一位叫大雄的参赛选手服用了凶兽蛊，这大雄之前已经连输三场了，而且胜率也是青龙场馆最低的。现在已经没有大佬会在他身上下赌注了。”阮永安躬身说道：“很好。” 安排他第二场出场，先给他安排个弱一点的选手试试这凶兽骨的威力。白德宇不急不躁的说道：“他今天可是邀请了不少江南来的大佬，无论如何都得从他们身上捞一笔。”好，那我就先给他安排个新人，让大雄适应下服用凶兽骨后的力量。三个小时后就是凶兽骨威力最大的时候，到时候就让大雄和实力最强的霸虎对战。阮永安顿了顿后继续说道：“到时候相信那些江南大佬就会重金压住霸虎了。”嗯，帮大雄卡好时间。 凶兽蛊只有在三个小时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白德宇抽了一口雪茄，嘴角闪过一抹笑容。放心，老板，这流程我熟悉。阮永安说着退了下去。在他们商量该如何割韭菜才能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青龙拳场第一场拳赛已经开始了。是两个赤裸上半身的精壮男子，肌肉发达，满脸狰狞，一看就知道是两个不好惹的主。张恒坐在台下，并没有认真看拳赛，而是在人群中寻找白德宇。可惜，直到第一场拳赛结束，张恒也没有见到白德宇的人影。 看来这家伙应该是在二楼的包厢看着。张恒皱了皱眉头，得想办法把他逼出来。第一场结束后，穿着暴露的兔女郎拿着话筒在擂台上播报道。下面第二场拳赛开始，双方选手是大雄和刘星，有请两位选手上台。张恒乍一听到自己刘星的名字，还没反应过来，最后还是马瑶提醒了他：“张大师，该你上场了，帮我下注一个亿在我身上。”张恒对马瑶说了这番话后，这才迈步走上了擂台。反正来都来了，那就赚点小钱。而在擂台上。 那名叫大雄的选手已经等在那里了。大雄同样赤裸着上半身，露出精壮的肌肉，脸上还有一道刀疤，看上去很是狰狞。而反观张恒，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虽然看上去很帅气，但实在算不上精壮，反倒是像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两人一站上擂台，下面的那些大佬都轰然大笑。这刘星是新来的吗？长得还不错，可这也太瘦不拉几了吧！哈哈，新手也敢来青龙拳场，这是来找死的吗？本来以为大雄已经很弱了，没想到来了个更弱的。 不光擂台下的众大佬是如此的想法，站在二楼包厢里的白德宇也这么认为。永安，你给大雄选的这个试炼选手不错，既能不暴露大雄服用凶兽骨的实力，又能让他熟悉强大后的力量。白德宇抽了一口雪茄，忍不住对阮永安夸赞道：“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冒出来的新人，就安排给大雄练手了。”阮永安躬身道：“只是这个刘星，感觉有点面熟啊。”白德宇之前有看过张恒的照片，跟这刘星长得有些像，但却不敢确定。我也感觉有点像某人。阮永安也见过张恒的照片。 以他们在江南的权势，拿到张恒的照片完全不成问题。在他们猜测的时候，擂台上的比赛已经开始。张恒一眼便看出这大雄服用了蛊，因为他身上有很强的蛊气息。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白德宇安排的人，正好逼你出来。想到这里，张恒嘴角微微一扬。只见大雄握紧拳头后，一脸狰狞的朝张恒冲了过去。然而在快近身的时候，张恒轻轻一抬脚，就把大雄给踢出了场外，瞬间将之淘汰掉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一秒钟。在场所有大佬，包括白德宇。 看到这里，都一阵哗然。第四百零二章，死的是你。第四百零二章，死的是你。张恒一脚就将白德宇安排的大熊给踢出了场外，直接将他淘汰掉了。围观的众人一阵哗然，包括白德宇也看得一脸惊目。这小子是谁？身手居然这么强，连服用了凶兽骨的大熊都给他一脚给踢翻了。白德宇脸色很不好看，毕竟他刚布下的局就被人给砸了，让他少赚了一大笔钱。倒是他的那个助手，似乎阮永安看出了什么来，老板。 这人可能就是张恒。阮永安来到白德宇面前，躬身说道：“张恒<衡>。”白德宇看了一眼擂台上的流星，又再次掏出了张恒在武道大赛上的照片，对比了一下，终于确定了。这小子，我不去找他，他反而过来踢我场子了。白德宇的脸上露出一丝狰狞：“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找死，那我就不客气了。”白德宇说着，从身上摸出了一个小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颗白色的丹药。仔细看的话，这颗白色的丹药还会动，显然里面放了一条骨，正是裘茂彦给白德宇的强血骨。 服用之后，人的实力能短时间内提升十倍。原本以为还要再等上几天才能用到你，现在看来不用等了。白德宇说着，一口气将这强血骨给吞了下去。吃下强血骨后，白德宇的眼睛瞬间变成了赤红，看着有些可怕。紧接着，白德宇一拳砸碎了玻璃窗，然后直接从二楼的包厢跳了下去。玻璃窗碎裂的声音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包括还站在擂台上的张恒、马瑶。看到白德宇跳下来，脸色微微一变，赶紧对擂台上的张恒提醒道：“张大师，这人就是白德宇。” 不过看他眼瞳的颜色，可能是服了蛊。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把他逼出来，正好省了我不少事。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把他给逼出来了。”白德宇从二楼包厢里跳下来后，以极快的速度朝擂台走来。张大师，没想到你会来我这全场。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白德宇说话的时候，一个跳跃直接来到了擂台上。张恒没想到这家伙认出了他是张大师，看来这白德宇也调查过他。幸亏他提前来了，不然指不定会使出什么龌龊手段。说实话。 来了，我还真就没打算离开。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你杀我弟弟白金国，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就不客气了。”白德宇顿了顿后，又继续说道：“张大师，忘了提醒你一句，咱这擂台的规矩是，一旦上了擂台，生死有命，正合我意。赶紧开始吧。”张恒淡淡的说道：“别急，难得张大师来我们全场一趟，怎么着也得让在场的众位大佬玩一把。”白德宇服用了气血蛊后，信心十足，十倍力量的提升让他觉得杀死张恒十拿九稳。 不过气血蛊要半个小时后效用才会达到顶峰，所以白德宇得再拖延半个小时。所另外，他想在杀死张大师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名气和钱财。各位，今天我们全场准备给各位大佬来一把大的。白德宇从兔女郎手里拿过了话筒，对着场下的众人喊道：“擂台上的这位年轻人，就是中海武道大赛的冠军张恒，也是上阳城最近的风云人物张大师。”此言一出，在场的大佬都一阵震惊，旋即纷纷热议了开来。没想到他就是张大师啊！好年轻！ 是啊，中海的武道大赛我可听说了，连徐涛、徐大师都输在了他手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么年轻，实力这么强，这些大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张衡的事迹，特别是在中海武道大赛中拿了冠军。白德宇看到他们都开始议论起张衡来，似乎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要出名，自然是要踩在张大师的肩膀上。若是别人不知道这擂台上之人，那白德宇岂不是少赚一些名声了？各位，我今天要跟张大师在擂台上公平较量一番，现在开始。 各位可以开始下注了。白德宇拿着话筒又大声叫了起来。白德宇可不仅仅想赚名气，还打算在杀了张恒的同时再捞一笔，以弥补刚才被张恒砸了的局。在场的众位大佬一听白德宇要亲自跟张恒打一场擂台，顿时都兴奋了。他们来这里不就是为了看拳赛、寻求刺激吗？而眼下全场老板白德宇亲自上台，还要和中海武道大赛冠军张恒一较高下，如此精彩的一幕，他们自然乐于观看了。很快，那些大佬都开始纷纷下注，而且是重金下注。这么一场精彩的比赛。 他们自然要参与，正好今天现场来了不少江南六省的有钱大佬，他们下起注来都是一亿以上。看着擂台下那些大佬下注，白德宇心里开心的很。这么多大佬下重金，他光抽佣就能赚一大笔了。半个小时后，白德宇见擂台下面的这些大佬都下注的差不多了，他伸展了筋骨，准备杀了张恒。半个小时了，气血骨的效果也达到了顶峰。白德宇刚才拖延时间，也是想让气血骨的威力达到顶峰。白德宇现在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种感觉让他的自信心再次爆棚。张大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白德宇对着张恒挑衅道：“你确定准备好了吗？”张恒嘴角淡淡一扬，在他看来，白德宇也就尊神境初期的修为。虽然服用了气血蛊，让得他实力一下子暴涨了十倍，但在张恒眼里还是不够看。少说废话，你就准备去死吧！烈焰拳。白德宇说着，握紧拳头，朝张恒一拳轰了过来。一拳既出，手里隐隐有红色的火焰气息遍布，周围的空气也随之一热。 要准备去死的人是你！张恒嘴角一扬，旋即伸手一抓，直接将白德宇的烈焰拳给抓在了手心里。什么？白德宇一脸的震惊，他的烈焰拳威力已经提升了十倍，居然还是被张恒给轻松抓住了！你以为服用了蛊就能杀死我？太天真了！张恒说完这话后，右手一用力，直接将白德宇的手给废了。白德宇痛得在擂台上大吼大叫，脸色也瞬间变白。擂台下的众大佬看到这里，无不哗然，暗暗感叹张大师的实力强悍。臭小子！ 我要让你死！白德宇说着，挥舞起另外一只拳头朝张恒打来。这次的烈焰拳威力又提升了一些，红色的火焰拳头宛如一颗火球朝张恒轰来。然而张恒还是轻松的接下了，然后再用力一扭，白德宇的另外一只手也废了。去死吧！我懒得跟你玩了。张恒控制住白德宇的两只手，又抬起一脚，用力的踢向了白德宇的肚子。巨大的力道直接将白德宇的肚子踢扁，然后一大口鲜血从白德宇的嘴里喷涌而出。 身上的气机开始迅速消散，张恒见此，又是一拳砸在了白德宇的脸上，将他打翻在了擂台上。白德宇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死了。之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白德宇，就这样被张恒两三下给打死在了擂台上。围观的众人见此，无不震惊。张大师之名，反而踩着白德宇的肩膀更上一层楼了。第四百零三章，终于知道了离婚真相。第四百零三章，终于知道了离婚真相。白德宇死了，而且死得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人群中的裘茂艳看到张衡轻松杀掉了吞了强邪骨的白德宇，脸色一变。这张大师实力还真是强悍。白德宇的实力可是到了尊神境初期的修为，加上强邪骨的增幅，实力至少能提升到尊神境中期。然而还是被他给轻松打败了。裘茂艳想到这里，心中陡然一惊，难不成这张大师的实力已经到了尊神境大圆满的境界？裘茂艳不敢再想下去，旋即想着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会被白德宇牵连。哪想到他刚转身。 一个熟悉的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仇老兄，好巧，在这里遇见了你。马瑶笑着说道。他一早就在人群中寻找裘茂彦的身影了。马老兄，你怎么会在这里？裘茂彦又惊又喜。他们俩在云江可是有着十几年的朋友情谊，不过在这全场相遇还是第一次。当然是特地来找你的，张大师想见你。马瑶笑着说道。张大师。裘茂彦下意识的往擂台上看去，只见上面早已没有了张恒的身影。他找我有什么事情？裘茂彦是担心被白德宇牵连，毕竟是他给了白德宇强血骨。好事。 你不必紧张，马瑶拍了拍裘茂彦的肩膀，说道：“行吧，你带路。球”裘茂彦这也是出于对马瑶的信任，这才点头同意去见张恒。马瑶见他答应了，便领着他离开了全场，然后领着他上了一辆豪车，而张恒就在车子里面等着裘茂彦。裘茂彦刚坐进车子，便看到张大师也在，心下一阵忐忑：“张大师，你找我可有什么事情？刚才擂台上白德宇身体里的骨，还有那个拳手大熊身上的骨，都是你给的吧？”张恒淡淡的询问道：“不瞒张大师，这两个人身上的骨……” 的确都是我炼制的。裘茂燕不敢有所隐瞒，只能如实回道：“我听马瑶说你在云江是炼骨大师，是吗？”张衡试探的询问道。“对，我在云江炼骨界也算是小有名气。”裘茂燕颇为自傲的说道。“那好，我想向你打听一种骨，你帮我分析下，具体是哪种骨？”张衡想从裘茂燕嘴里查一下柳倾城身上中的到底是什么蛊。张大师，请说，我炼蛊也有三四十年了，对于每一种蛊我都熟悉的很。”裘茂燕很是自信的说道。“我朋友身体冰冷，脸色苍白，我用灵气探查他全身。” 可是灵气一进入他身体就被骨吞噬，关键是这骨还在吞噬我朋友的生命。你说这种骨会是什么骨？张恒很是认真的询问道。裘茂彦皱着眉头，细细想了想后回道：“按照张大师所言，你朋友应该是中了是灵骨，所以你灵气进入他身体便会被吞噬。可是你又说骨在吞噬宿主的生命力，还身子浑身冰冷，那可能只有是阴阳是灵骨了。也只有这阴阳是灵骨才会在得不到外界灵气补给的情况下，会反噬宿主生命力。” 阴阳噬灵蛊，这是一种什么蛊？张恒感觉这次找对人了。阴阳噬灵蛊说起来算是一种邪蛊，主要是利用男女之事来达到吸取对方灵气的目的。而且这阴阳噬灵蛊一旦吸取对方的灵气，会非常狠，可能会一下子把对方的灵气吸干。仇茂彦如实的解释道：“这么阴狠？”张恒眉头一皱：“到底是谁会对柳青城下这种如此狠毒的蛊，还要通过男女之事才能吸取对方身上的灵气？”“是的，而且炼制这阴阳噬灵蛊条件非常苛刻，就连我也不一定能百分百炼制出来。” 裘茂彦一脸凝重地说道：“对了，既然是骨，那是不是每种骨身上都会有气息？可是我在我朋友身上完全察觉不到骨的气息，这是什么原因？”张恒想起了什么后，又追问道：“的确，每种骨炼制出来后都会有独特的气息。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洗去骨的气息，让人察觉不到骨的存在。”裘茂彦想了想后说道：“还有办法洗去骨的气息？”张恒还是头一次听说能洗去骨的气息。对，不过要想洗去骨身上的气息…… 实力至少是尊神境后期大圆满的境界才能做到。裘茂艳如实的说道。张恒听到这里皱了皱眉，怪不得他探查不到柳倾城体内的骨气息，原来是被人强行洗去了骨身上的气息。不过，到底是谁这么狠心，要利用柳倾城来达到吸取别人灵气的目的呢？难道是赵如意？张恒忽然灵光一闪，当时张恒和柳倾城可还是夫妻。赵如意这是想利用阴阳师灵骨，让张恒和柳倾城行夫妻之事的时候，吸取张恒身上的灵气。而就赵如意的那个神秘黑衣人。 很有可能就是练去阴阳是灵骨气息的高手。仇茂彦，你可知道要如何才能解掉这阴阳是灵骨？张恒神色凝重地说道。张恒本来是可以靠自己的气息锁定，轻松除掉柳青城体内的阴阳是灵骨，但是现在骨上的气息被炼去，张恒就无从得知这骨藏在柳青城体内哪里了。万一胡乱下手，反而会损害到柳青城的身体。这阴阳是灵骨是邪骨，就是云江古界也把它当作禁骨。如果没有炼去气息的话，还有可能通过精准手术把它取出来。可是炼去了骨气息的话， 那就没法子了。裘茂彦摇了摇头说道。听到这里，张恒忽然握紧了拳头。好一个赵如意，居然敢用这种狠辣的手段报复他。那要是普通人吞了这种骨，能活多久？张恒很是关切地追问道。普通人吞了这阴阳是灵骨，最多可以活一个月。要是体质本来就弱的话，可能一个星期就会死亡。裘茂彦如实说道。最多只有一个月可以活，最短一个星期。张恒听到这里，如遭雷击。柳青城居然只剩下这么一点时间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朋友活长一点？张恒暗暗握紧了拳头。 他不能让柳青城就这样死了，他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活下去。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你那朋友赶紧寻一个灵气充沛的高手，行男女之事。阴阳噬灵蛊只要吸取了外界的灵气，那么他就会停止吸取宿主的生命。如此，你那朋友就可以活久一点了。裘茂彦顿了顿后，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但是行男女之事的时候，阴阳噬灵蛊很有可能会把另外一人的灵气吸干。”听到这里，张恒忽然明白柳青城为什么坚持要和他离婚了。原来是这样，只有离婚了。 才没有借口和他行夫妻之事。倾城，你为什么这么傻？柳倾城，这是宁可自己被阴阳师灵谷吸干生命而死，也不想让张恒被吸干灵气。想到这里，张恒将裘茂燕和马瑶都踢下了车，然后自己开车飞奔去找柳倾城。倾城，我不能让你死，我要让你活着。张恒终于知道了柳倾城要离婚的真相，所以他要去救他，即使被吸干灵气。第四百零四章，我不会让你死。第四百零四章，我不会让你死。张恒从全场出来后。 便以最快的速度开车直奔柳青城住的地方。在得知离婚的真相后，张恒更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承担这种痛苦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张恒终于开车来到了柳青城住的老家。一下车，张恒便直接推门而入，刚好撞见了换完衣服准备去上夜班的柳青城。柳青城看到张恒突然闯入，明显被吓了一跳，缓过神来后颤声说道：“张恒，你你怎么又来了？你都这样了，还准备去医院上夜班吗？”张恒看了一眼柳青城苍白的脸色，忍不住说道。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给我走开。”柳青城装作冷漠的说道。“青城，我已经都知道了，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张恒忽然目光灼热的盯着柳青城。听到这里，柳青城身子微微一颤，“我……我瞒你什么了？”柳青城心底有一丝慌乱，害怕张恒真的知道了他的事情。“青城，你不用再瞒我了，你中了蛊，中了阴阳噬灵蛊，只有吸收别人的灵气，你才能继续活下去。”张恒眼眶微红着说道。柳青城听到这里，心下彻底慌了，原来张恒真的知道了，没有？ 我没有中蛊，你赶紧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柳青城急着将张恒推出去。我不走，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走了。张恒一把将柳青城拉了过来，然后用力的将他抱在怀里，死死的抱住不放手。你放开，张恒，你给我放开！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这样算是骚扰我，我要报警！柳青城又羞又急的说道。然而张恒却没有放开，甚至把他抱得更紧了。我不会放开的，我要你活下去，好好的活着。张恒神色认真的说道。张恒，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没有中蛊，你赶紧放开我！柳倾城在张恒的怀抱里还在挣扎着，可是他那点力量哪里是张恒的对手？张恒没有回话，而是低头亲了下去。柳倾城猝不及防下被张恒堵住了唇，瞬间呆愣在了当场。不过很快，柳倾城就恢复了清醒，然后拼命的抵抗着，嘴里还发出呜呜呜的拒绝声。可是张恒却是亲的更用力了，足足亲了好一会，张恒才松开柳倾城，然后将他拦腰抱了起来，似乎下了什么决心。张恒，你放我下来！ 你要对我做什么？我们现在可是离婚了，你这样对我算是侵犯，我要报警！柳青城双拳用力拍打着张恒的胸口，试图想要让张恒放他下来，可他这点力道对于张恒来说跟挠痒痒差不多。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坚持跟我离婚的原因吧？张恒忽然出声说道：“你，你说什么？我离婚是不喜欢你，没有其他原因。”柳青城心里更慌了，都不敢和张恒眼神对视，因为只有跟我离婚了，我才没有正当理由碰你，所以你宁可自己默默死去，也不想让我被阴阳师灵谷吸干灵气。 是这样吗？张恒终于说出了真相。柳青城听到这里，整个人呆在了那里。为什么张恒会知道这些？张恒看到柳青城的表情，就知道这回他说对了。柳青城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想伤害到他。光这一点，足以说明柳青城心里是很在乎他的，也足以证明他很爱张恒。反应过来的柳青城还不想摊牌，依旧在努力地摇着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张恒，你别自作多情了，我一点也不在乎你。你是生是死，关我什么事情？”柳青城真的不想伤害到张恒。 可是这次，张恒已经下定决心要救他了。倾城，你还想继续瞒着我吗？那好，我只能用事实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对的了。张恒说着，横腰抱着柳倾城往二楼的卧室走去。张恒，你想干什么？你想对我做什么？柳倾城看到张恒抱着他往楼上走，心里顿时急了，整个人在张恒的怀里拼命挣扎摇晃，连脚上的高跟鞋都被他给甩出去了。可是张恒依然牢牢的抱着他。张恒，你放我下来，快点放我下来！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柳倾城一遍又一遍的叫着。 可是张恒却充耳不闻，当然是用事实证明我的话了。张恒抱着柳青城到了二楼后，一脚踢开了柳青城的卧室，然后抱着他进入卧室后，将房间的门反锁上。张恒，求求你别这样！柳青城似乎明白张恒接下来要对他做什么了，忽然眼眶变红，心里很是害怕。害怕的不是被张恒侵犯，而是害怕张恒因此会死去。青城，我爱你，所以我不会让你死去的，就像你不想让我受到伤害一样。张恒说着，将柳青城一把放在了床上，然后开始脱衣服。 柳青城听到这里，感动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张恒，别这样，你可能会死的。放心，我不会有事。小小一个蛊，还要不了我的命。张恒眼神坚定的说道，他不能再等了。为了让柳青城继续活下去，哪怕他被阴阳噬灵蛊吸干灵气，也在所不惜。张恒，不要，真的不要！柳青城死死的捂住裙子，眼泪止不住的从眼眶里流淌而出。柳青城不想让梦中的情景最后变成现实。青城，相信我，我不会有事的。当然。 我也不会让你有事。”张恒说着，赤着身子爬上了床。柳倾城害怕的往后靠去，然而还是被张恒给抓到了。“倾城，不要怕，一切有我。”张恒眼神温柔的说道。可是柳倾城却不想让张恒有事，一直在拒绝着，甚至还将身子蜷缩在了床头一角，双手更是死死的捂住了裙子。“张恒，你不要再过来了，真的不要再过来了。”柳倾城既紧张又害怕。“倾城，我不会放弃的，宁可我死，也不会让你死。”张恒说着扑了过去，任凭柳倾城如何挣扎反抗。 张恒都没有就此罢休，他想让柳青城好好的活下去，即使就此被吸干了灵气。所以这次张恒是下了决心，直捣黄龙。第四百零五章被吸了灵气。第四百零五章被吸了灵气。柳青城的卧室内，粉红色的床上相拥沉睡着两个人儿。柔和的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射在了柳青城那白嫩的脸蛋上。温暖的阳光让他颤动了下眼皮，旋即缓缓睁开了眼睛。柳青城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然后赶紧将头转了过来。 看到张恒睡在他身边，紧张的当即坐了起来。张恒，张恒，你醒醒，别吓我！柳倾城看到张恒的脸色有点苍白，顾不得穿衣服，就用手猛烈的摇晃起了张恒。他现在很害怕张恒真的被自己体内的蛊给吸干而亡了。张恒，你快醒醒，别吓我！柳倾城说着，急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此时此刻，他真的很害怕张恒因为他而死了。张恒被柳倾城剧烈的摇晃，这才缓缓醒了过来，入目的是一张梨花带雨的俏脸。倾城，我还没死呢，你再这样摇晃下去。 我就真要死了。张恒笑了笑，然后目光就注意到柳倾城还没有穿衣服，胸前更是春光大泄。柳倾城注意到张恒的眼神，俏脸迅速一红，然后扯过被子将身子给遮了起来。张恒，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脸色很苍白，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柳倾城用被子捂住身子的时候，还不忘关心张恒：“你这是在关心我吗？不是说我们离婚了，是生是死都不关对方的事吗？”张恒嘴角微笑着说道：“我，我才没有关心你。”柳倾城言不由衷的说道。 但眼神里却透露着浓浓的担忧之色。张恒看到柳青城的面色变得红润了，也是暗暗松了口气。看来阴阳噬灵骨在吸收了他的灵气后，已经停止对柳青城的生命吸取了，总算是能保住柳青城的小命了。放心，我没事，都跟你说了，你身体里那个蛊对我不起作用。”张恒故作轻松的说道，目的是想让柳青城放宽心而已。实则昨晚上和柳青城行男女之事时，被他体内的阴阳噬灵蛊吸收了近一半的灵气。要知道，他现在可是金丹境九重的实力，这一半的灵气。 是非常海量的。换做金丹境以下的实力，光这样搞一次，基本是要被吸干体内的灵力了。目前地球上灵气匮乏，一旦被阴阳噬灵蛊吸干灵力，那想要恢复，没有三年五载的，根本恢复不了。真的吗？你真的没事？柳青城转过头来，再次一脸紧张的问道：“真的没事，再搞上一次也没问题。”张恒嘴角一扬道：“谁要跟你再搞一次？”柳青城红着脸羞嗔道：“虽然昨晚上刚开始他是被张恒强迫的，但是后面他也似乎很配合他。一想到结婚四年没有和张恒睡一起，” 离婚不到半个月，却是把第一次给了他，这让柳青城越想越羞。张恒看着柳青城羞红着脸，嘴角微微一扬。柳青城终于成了他的女人。不过很快，张恒想起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青城，你体内的蛊是赵如意给你下的吗？张恒一脸关切的问道。你你怎么知道？柳青城俏脸上露出一丝惊讶，还真的是他，这女人果真贼心不死。张恒眼里闪过一丝杀气，不过他现在一直躲在暗处，他也没办法找到他。这赵如意还有对你说什么吗？ 柳倾城犹豫了下后说道：“他逼我吃下一颗药丸后，就让我和你同房，而且还说越多次越好，其他的就没有再说了。”柳倾城本不想告诉张恒的，但眼下张恒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也隐瞒不了了。而且张恒似乎也没有梦中那样被吸干而亡，这才如实相告。得想个办法引他出来，不然太被动了。张恒皱了皱眉，让赵如意躲在暗处，对他很是不利。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恢复体内的灵力。赵如意他们既然想到用阴阳噬灵蛊来吸收他身上的灵力，那肯定还有后招等着张恒。 地球上灵气匮乏，在他们想来，张衡被阴阳噬灵骨吸走了一半灵力，短时间内肯定恢复不了，所以可能会趁着张衡灵力不足的这段时间内，会来袭击他。不过他们绝对想不到，张衡可以靠画画、写字、雕刻等手段来吸收天道中的灵气。与此同时，在京城北边的清风山脉，一座古朴而又神秘的行宫内，赵家堡的老祖宗赵顺正在盘膝修炼，旋即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忽然睁开了他那双浑浊的双眼。张恒，你到底还是中了我的计！ 赵顺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之前他在炼制阴阳噬灵骨的时候，在上面留了印记，一旦阴阳噬灵骨吸收了大量灵气，那么他就会感应到。随即，赵顺将赵如意叫了进来。赵如意看到老祖宗心情很好，便忍不住问道：“老祖宗，你叫我来，是不是之前布下的局成功了？”赵如意还是很聪明的，单从赵顺的表情上就看出了一二。没错，我在阴阳噬灵骨上刻下的印记已经有了反应，吞噬了一大波灵气。看来张恒和柳倾城应该是发生了关系。”赵顺一脸得意的说道。赵如意听到这里。 也是一脸的激动和兴奋，老祖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趁着他虚弱过去杀了他？赵如意早已迫不及待的想要杀张衡了。赵如意一直躲在这山里，都是拜张衡所赐。现在他每天都想杀了张衡。别急，虽然阴阳失灵谷吸收了他大量灵力，但张衡还剩下多少灵力还不清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可以先派个人过去试探下。当然，能杀了他最好。赵顺很是谨慎的说道：“赵顺能活到两百多岁，和他谨慎的作风是分不开的。他要杀张衡，必须是要有百分百的把握才会出手。” 哪怕是百分之九十，赵顺也会考虑要不要出手。老祖宗，那要派谁去试探杀他呢？赵如意急切的说道：“我在江南有个几十年交情的好友，叫燕英。他的实力虽然不如我，但也到了尊神境中期的修为，让他出手试探杀张恒再好不过了。”赵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气。第四百零六章有人要杀我。第四百零六章有人要杀我和柳青城一夜温存后，张恒原本想将他带回重阳山的，这样方便他保护。可是柳青城并不同意，说是他想一个人先住一段时间。 其实是心底还是有点担心张恒。赵如意曾对他说过，跟张恒做男女之事次数越多越好。可见做一次可能对张恒伤害不大，但次数多了就会对张恒的身体不利。所以为了张恒的身体考虑，柳青城就没有答应跟他一起去重阳山。那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好好照顾自己。对了，我上次给你的符，你还在吗？张恒想起了什么，问道：“符<福>在的，我把它用红绳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了。”柳青城说着，从脖子里将那张张恒给他的符拿了出来。 张恒看到这里一阵无语，感情柳倾城是将这传送符当做平安符了，怪不得会被赵如意轻易为了阴阳噬灵蛊。倾城，这可不是一般的符，你下次要是再遇到赵如意想害你，你可以用力捏碎它，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你了。张恒颇为郑重地提醒道：“捏碎它，赵如意就没法害我了。”柳倾城一脸疑惑，完全想不明白，一张普通的符纸还有防人的作用？你就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张恒又再次强调了一遍：“好吧，下次要是遇到危险，我就试着捏碎它。”柳倾城点了点头。 那我就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张恒说完这话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柳青城的红唇上亲了一下，然后快速的转身离开了。柳青城回过神来后，俏脸迅速升起一抹羞红。张恒回到重阳山的时候，第一时间让马瑶将裘茂燕给叫了过来。眼下除了赶紧恢复灵力外，炼制结阴丹也是重中之重。中午的时候，裘茂燕一路匆匆的来到了重阳山面见张恒，不知张大师叫我过来所谓何事？裘茂燕一脸恭敬的回道。 我听马瑶说你在云江种了很多稀有药草，是吗？张衡试探的询问道。不瞒张大师，我在云江有一处不为外人所知的洞天福地，我炼谷的药草都是在那里培养的。裘茂彦也没有隐瞒，而是如实说道。那好，我给你一张药材的清单，你看一下你能搜集到多少？张衡说着，将一张罗列了二十种稀有药材的清单递给了裘茂彦。裘茂彦接过来后，仔细看了一眼，面露难色，因为上面列出的药材全部是非常珍稀的药材，每一样拿出去，至少市场价都在百万甚至千万以上。 这上面罗列的药材，我是能搜集到一部分，不过也不保证能搜集到多少。裘茂彦不敢说的太满，这上面有一半的药材，裘茂彦是有能力搜集到的，但在张恒面前不敢说的太多，怕他伸手讨药。要知道这些草药可都是他辛辛苦苦培养的。张恒似乎看出了裘茂彦的小心思，旋即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玉白色的聚灵珠递给他：“这是我随手炼制的聚灵珠，有聚灵延寿的作用，你先拿着吧。”裘茂彦看到这颗聚灵珠，顿时眼睛一亮，顺手接过了这颗聚灵珠，感受到里面浓郁的灵气后。 裘茂艳心中大喜，多谢张大师，你刚才清单上罗列的那些稀有药材，给我些时间的话，我能搜集到一半，也就是十种，剩下的那些我也没办法搜集到了。裘茂艳收了巨灵珠后，对张恒也更为恭敬了。张恒听到这里，点了点头，他说的跟马瑶说的基本吻合，显然裘茂艳没有骗他。那好，你赶紧去将你能搜集到的十种药材给我搜集过来，越快越好。张恒颇为急切的说道。赵如意一直在躲在暗处针对他，张恒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实力，才能保护他想保护的人。张大师放心，一个月内。 我就能搞来。裘茂彦颇为认真的应道。张恒点了点头，将裘茂燕打发走后，他便一头扎进了众阳山的炼气室内。炼气一来能让张恒快速获得灵力，二来炼制更多的灵气，无论是实战还是保护别人，亦或是笼络人心，都非常有用。与此同时，江南某处灵气浓郁的山林里，一位白发鹤颜的老头正双膝盘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打坐修炼，远远看去，有种仙风道骨的模样，俨然像个得道高人。正在修炼的他，忽然他睁开了眼睛。 然后从身上取出了一个手机。赵老头，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晏婴看到是几十年的好友赵顺打他电话，当即接了起来。晏老头，我打你电话过来，是想让你帮我杀个人。赵顺没有废话，而是通过电话直接表明了他的来意。这是谁得罪了你，赵老头？晏婴呵呵笑着说道：“是一个叫张恒的年轻人，他杀了我赵家堡一半的人马，不杀他，我咽不下这口气。”赵顺的声音再次从电话中传了过来：“他能杀你一半赵家堡的人，你自己不亲自出马吗？你可是尊神境大后期的修为。” 我才尊神境中期的修为，可差了你一级。晏婴如是的说道：“不瞒晏老兄，我现在正在闭关，不方便出来。而那张衡又逃到了上阳城，离你那里很近。”赵顺的声音顿了顿后，又从电话中传了过来：“只要晏老兄帮我杀了张衡，我把那幅江山河川图送给你。”听到这里，晏婴一喜。这江山河川图虽然是一幅画，但更是一个稀有的高级灵气，能制造幻境，让敌人处于画中。晏婴早就惦记上这件宝贝了，眼下赵顺肯让出来，他自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好，一言为定。 赵老兄，到时候可不能反悔。晏婴通过电话满口答应道：“只要晏老兄将张衡的头颅送来，这江山河川图我定然双手奉上。”赵顺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没问题，三天我就能把他的头颅给你送来。你将他住的地址和人物信息发给我，我好去杀了他。”晏婴有些迫不及待了。挂了电话后，晏婴从一块石头上站了起来。不过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在背后喊住了他：“师傅，你要去哪里？”随着声音的出现，一个穿着白色长裙。 长得宛如出尘仙子的美女，骑着一头犀牛异兽，款款走了过来。轩辕师傅这次要去上阳城一趟，杀个叫张恒的人，三天内必回来。你在这里好生等我。晏婴丢下这句话后，便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而那清纯女孩听到张恒这个名字，微微蹙了蹙柳眉。张恒，这名字听着好熟悉。南宫轩辕暗暗想了片刻，忽然想起张恒是谁了。师傅不会是要去杀他吧？第四百零七章，住手！他是我师傅。第四百零七章，住手！他是我师傅众阳山。 张恒最近两天一直在炼器室内炼制法器，以他目前的速度，全力炼制一天能炼制出二十件高级灵器。每一次炼器完成，都会从天道中获得一笔数量不菲的灵气反馈。张恒只用了两天，便将失去的一半灵气给补充了回来，可见这万千道法一体诀是有多么的神奇。换做一般人，失去如此海量的灵气，没有个三年五载，怕是恢复不过来。不过就在张恒专心练器的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众阳山的上空响起：“张恒小儿何在？” 听到这个声音，张恒皱了皱眉，旋即停下了手中炼气的动作。这赵如意果然派高手来杀我了。不过他绝对想不到我已经恢复了灵力。想到这里，张恒大踏步的从炼气房走了出去。带得来到门外后，山腰处有个白发鹤颜的老头站在这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张恒乍看到这老头，有种熟悉的感觉，但具体在哪里见过又记不起来了。不过既然有人找上门来，张恒岂会怕他？旋即一个纵跃来到了他面前。何人叫我？张恒挺直了身子，淡淡的说道。 你就是张恒？晏婴上下打量了一眼张恒，隐隐有种熟悉的感觉，但眼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就是张恒，找我有什么事情？张恒明知故问道。借你向上头颅一用，晏婴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把寒光凛冽的长剑。借我头颅？那也要看你本事。张恒嘴角淡淡一扬，旋即手中同样出现了一把天雷剑。张恒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是眼前这老头的实力有点强。虽然只有尊神境中期的修为，但他手里的那把剑却非同凡响。晏婴同样也注意到了张恒的实力不简单。 一时间也慎重了起来，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老夫的本事。晏音说着，握紧寒光剑，纵身一跃，朝张恒窜了过去，同时手中的长剑对着张恒连续劈出好几剑，每一剑劈出，冰寒的剑气纵横而来，将空气都撕裂。面对急速而来的寒冰剑气，张恒不退反进，握紧手里的天雷剑，同样劈出好几剑，顿时天雷剑气奔射而出，将寒冰剑气悉数抵消。这小子不简单啊！一个照面。 晏婴便看出张衡的实力很不简单，而且也看出了张衡手里的天雷剑也同样不是凡品。在他想着的时候，晏婴整个人已经到了张衡面前。七星剑法，近距离下，晏婴手中的寒光剑被他挥舞的犹如漫天星辰，每一剑似乎都蕴含了星辰的走势，合击起来后形成了威力巨大的七星剑法。这七星剑法威力堪比导弹，能瞬间轰平一个山顶。来得好，张衡完全没有一丝惧怕，相反心中隐隐有些激动。北斗剑势。 张衡同样挥出了一招，按照星辰走势推演出来的剑招，漫天剑气瞬间化为七颗星辰，几乎是瞬间组成了北斗图案，然后和迎面而来的七星剑气正面相撞，轰的一声，两股强大的剑气相撞，爆发出一阵惊人的爆炸声。七星剑气几乎是瞬间被张衡的北斗剑士给破掉，而他的北斗剑气只是削弱了一半而已。什么？我的七星剑气被破了？晏婴眼里闪过一丝不敢置信。下一秒钟，张衡的北斗剑气劲直袭来，等晏婴反应过来的时候。 北斗剑气已经近在咫尺了，金刚罩。情急之下，晏婴运起身上的灵力，使出了防御功法。顿时，一道金黄色的光晕从晏婴身上升腾而起，几乎是瞬间形成了一道防御网。在他使出金刚罩的瞬间，张衡被抵消了一半的北斗剑气也射在了他身上，巨大的剑气力道直接将他的金刚罩打得粉碎，但也抵消了大部分的剑气威力。残余的剑气瞬间射在了晏婴的身上，好在他身上穿着金丝软甲，不然晏婴就要受伤了。不过即使是这样。 巨大的力量还是将他击退出去十几米远，好厉害的北斗剑气！一剑破我七星剑法，又破我金刚罩，又将我击退十几米。幸好我身上穿了金丝软甲，不然现在就已经受伤了。晏婴眼里闪过巨大的震惊，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么个年轻人实力居然这么强悍。张衡看到晏婴中了他的北斗剑气，居然没事，也微微有些惊讶。不过他很快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穿了防御法器。不过你这防御法器应该挡不了。 我几招剑气，张恒手握天雷剑，继续朝燕硬冲了过来。燕英看到这里，不敢在正面迎战了。这张恒的实力太强悍，正面根本不是他对手，只能想办法侧面迎击了。面对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张恒，燕英默默计算着距离，还不出手，那就等死吧。两人距离还有两米的时候，张恒握紧天雷剑，再次朝燕英劈出了几剑。北斗剑气，张恒再次使出了一招北斗剑气。燕英看准时机，忽然手中出现一张符，手中极快地掐了一个法诀后。 顿时，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只是他原本站立的地面上，留出一个坑洞来。晏婴的突然消失，直接躲过了张衡的北斗剑气，全是土遁。张衡瞬间看出了晏婴使的招数，下一秒钟，晏婴从张衡身后两米处陡然现身，然后对着张衡的后背猛然挥出好几剑。斗转星移，又是一招霸道而又猛烈的星辰剑法。一招既出，漫天剑气化作流星一般朝张衡射去。在晏婴想来，如此短的距离，即使张衡反应过来，也没法抵挡。 然而，张恒同样使出了一招土遁，紧接着他就消失在了原地，完美的躲过了这一招斗转星移。什么？他也会土遁？燕英心中震惊的时候，张恒已经出现在了他后背一米处，然后一剑朝他刺来，贯穿日月。这一招速度极快，宛如激光一般，燕英根本反应不过来。即使他身上穿了金丝软甲，也挡不住这一招贯穿日月。这一剑要是打结实了，燕英不死也要重伤。然而，就在燕英要被张恒的天雷剑刺到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一声焦急的叫喝声：“张恒。 快住手！他是我师父。第四百零八章引蛇出洞。第四百零八章引蛇出洞。一声娇喝打断了张衡刺剑的去势，在剑尖快要刺到晏婴的刹那，张衡及时将剑给收了回来，不然就刚才那一剑，晏婴不死也要重伤。而晏婴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中一阵警觉。等回头看去的时候，才发现张衡将剑士给收了回去。看到这里，晏婴额头冒出一阵冷汗。刚才要是没有那个熟悉的声音阻止，此时他怕是被这剑给刺中了。想到这里，晏婴一阵后怕。 师傅，张恒，你们俩快住手！南宫轩月骑着异兽犀牛快速跑了过来，俏脸上满是焦急的神色，生怕两人再次打起来。张恒和燕鹰同时转头看了过去：“轩月，你怎么来了？”燕鹰看到自己的徒儿追过来，心里满是疑惑。而张恒看到南宫轩月如出尘仙子一般，也瞬间认出了他来。还有他坐下的那头犀牛异兽，不就是他在落凤谷里收服的那头异兽吗？南宫轩月居然和这老头是师徒关系？张恒有点暗暗惊讶，同时也有些意外。离得近了。 南宫宣月从异兽犀牛背上跳了下来，然后急匆匆的来到了张恒面前。张恒，谢谢你对我师父手下留情。南宫宣月第一时间过来感谢张恒。刚才那情景，南宫宣月是全程看在眼里的。要不是最后时刻张恒收了手，他师父晏婴此时可能就命丧黄泉了。我对他手下留情，可你师父似乎想要杀我。张恒淡淡的说道。张恒，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是我师父那老朋友的奸计。我师父为了一幅画才过来想要杀你的。南宫宣月道歉了一声后，又继续说道。 我去劝劝师傅，让他放弃杀你。南宫轩月说完这话后，便转身跑去了燕英那里，去劝说他放弃杀张恒。师傅，这张恒就是当初画《雨后万花园》的作者，你难道不认识他了吗？还为了一幅画就想要杀他？南宫轩月满是责怪的表情。《雨后万花园》是他画的。燕英说着，又仔细打量了一眼张恒，这才认了出来。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他。可这小子大半年不见，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想当初他最多也就化神境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尊神境巅峰了。他是怎么修炼的？ 晏婴一脸的震惊，还不快去跟张恒道歉，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南宫轩月赶紧劝说道。晏婴倒也没有犹豫，实力不如人，对方又对自己手下留情，再打下去，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了。张恒小友，我叫晏婴，是老夫冒犯了，多谢你手下留情。晏婴走过来致歉道，一副能屈能伸的模样。张恒看在南宫轩月的面子上，倒也没有再计较，但是有件事情他查清楚，就当是不打不相识吧。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燕老前辈。 张恒想了想后说道：“他正愁找不到引出赵如意的计策，而眼下这个晏婴似乎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张恒小友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晏婴抚了抚白须后说道：“晏婴酷爱画作，所以他这也是想真心交张恒这个朋友。我想知道是谁让你过来杀我的。”张恒一脸郑重的问道。晏婴听到这里犹豫了起来，这是要出卖好友？可旁边的南宫轩月看到这里却是急了：“师傅，你赶紧说吧，你那好友让你来杀张恒，分明是在坑你，你还帮他隐瞒做什么？好吧，是我先来要杀你的。” 也算欠你个人情。燕英顿了顿后，这才继续说道：“是赵顺要我来杀你的。”燕英自知理亏，既然对方手下留情了，那他也得还他个人情。赵顺是赵家宝的人吗？张恒没听说过这个人，但既然姓赵，那肯定跟赵家宝有关系。是的，他是赵家宝的老祖宗，实力已经达到尊神境巅峰境界。燕英点了点头，说道：“果然是赵家宝的人，看来又跟赵如意有关系。”张恒眼里闪过一丝杀气，旋即又对燕婴说道：“燕老前辈，我听说赵顺用一幅画来跟你做交易。” 要杀了我是吗？张衡想利用晏婴来引出赵顺和赵如意，好借机杀了他们，除掉祸患。的确是这样。晏婴点了点头应道：“不知前辈这幅画是有何高妙之处，让前辈不惜为了他而来杀我？”张恒想打听清楚了再跟晏婴做一笔交易。这江山河川图虽然是一幅画，但更是一个稀有的高级灵气，它能制造幻境，让敌人处于画中，是件非常罕见的法器。晏婴很是认真的解说道：“如此简单，这画我也能画，而且你要几幅，我就能给你画几幅。” 张恒嘴角一扬，淡淡的说道：“你能画江山河川图？”燕英眼里闪过一丝震惊，就连旁边的南宫轩月听了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这可是高级法器，张恒居然张口就说他会画，而且还能画好几幅。嗯，你说的这幅江山河川图，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以画为阵，将对方困在画中的景象当中。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不是很难。”张恒再次解说道。“哦，那你可帮我画一幅，你要出什么条件，随便提。”燕英眼露闪光的说道。本以为杀张恒失败。 他无缘得到江山河川图了。万万没想到张衡居然会画。张衡听到这里，嘴角微微一扬，他等的就是这句话。我的条件也简单，你只要打个电话给赵顺，说是我灵气不足，和你打了个两败俱伤，在重阳山休养就可以了。张衡淡淡的说道。张衡这是想要引赵顺和赵如意过来，当他们听到他灵气不足，又身负重伤，赵如意他们肯定会耐不住出来，想要杀了他。这算是一招引蛇出洞吧？就这么简单吗？晏婴没想到张衡提出了个这么简单的要求。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够了。张衡点了点头，他相信，只要赵如意和赵顺知道他身负重伤，定然会迫不及待的过来想要杀他，而到那时候，就是张衡反杀他们的最佳时机了。那好，你先帮我画一幅江山河川图，如果能让我满意，我可以再送你几样东西作为交换。晏婴不想白拿张衡的一幅画，好，那就跟我来吧。张衡说着往画室走去，这次一定要将赵如意和赵顺引出来，布下阵法，让他们有来无回。第四百零九章，这话在我这里不值一提。 第四百零九章，这话在我这里不值一提。燕英和南宫宣月跟着张衡来到了他的画室后，第一时间便被挂满墙壁的画作给惊呆了。因为这些画一看就知道都不是普通的画，而是蕴含了灵气在其中，很多还刻印了符阵，当真让他们师徒俩大开眼界。这里的每一幅画都价值不菲。张衡，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南宫宣月忍不住出声问道。这个问题也是燕英想知道的。他对画很是痴迷，见过、收藏过的名画也有不少，但比起张衡这间房间里的画作，还是稍逊一筹。 这些都是我随手画的，除了墙壁上挂的，地上也有一些。你们喜欢可以随便看看。”张恒很是随意的说道。这些画都是张恒当初为了刷灵气而随手画下的，然而在晏婴和南宫轩月看来，却都是无价之宝。尤其是晏婴，他随手捡过了一幅丢在地上的画，只看了几眼便惊为天人。百兽图，各类野兽画的栩栩如生，还将灵气融汇进每一只野兽身上，让纸上的百兽拥有了凶猛的气息。咦，居然还有凶兽符文，只看一眼便让人战栗惊恐。 晏婴越看越是震惊，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不简单了。看完这幅画后，晏婴又捡起了地上另外一幅画，《山水春菊图》，好一幅田园风光，每一朵春菊都娇艳欲滴，栩栩如生。画中居然还刻印了巨灵符阵，若把它拿到室外，可能还会吸引各类蝴蝶和蜜蜂，当真是妙。晏婴已经看得应接不暇了，眼前的这些画对于他这个画师来说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同时也看得他激动不已。画师的他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稀有名画。 的确让他很是兴奋和激动，就连南宫薛岳在看了这些画后，也忍不住暗暗对张衡惊叹，每一幅画都是绝世之作，若是拿到外面去拍卖，随便一幅画都能至少拍出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而他居然随随便便的将这些画丢在地上，南宫薛岳感觉越来越看不透张衡了。年纪轻轻，实力这么强也就罢了，现在连画画都这样牛逼，当真让他看不透。张衡小友，可否送我几幅这里的画？晏婴已经忍不住讨要了。 这些话对他这个画痴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而且这里有很多画不比《江山河川图》差。当然，你要提什么条件都可以。晏婴赶紧又补上了一句，生怕张恒不同意送画给他。张恒倒是没这么小气，反正这里的画放着也是放着，你喜欢什么就自己挑吧。至于条件的话，张恒想了想后，忽然出声道：“你有稀有药材吗？”张恒这是想从晏婴身上试着能不能找到炼制结阴丹所需的剩下十种药材。稀有药材，不瞒张恒小友。 我闭关修行的地方在一处灵脉上，那里有生长着不少世所罕见的稀有药草。你需要什么稀有药材？或许我那里就有。晏婴顿了顿后，又继续说道：“即使我那里没有的话，我也可以通过江南最大的丹药协会帮你寻找。”张恒听到这里，心中大喜，旋即赶紧拿过白纸和笔来，将他炼制结阴丹还缺少的剩下十种药材都写在了上面，然后将之递给了晏婴：“晏老前辈，就是这十种稀有药材，你看下能不能帮我找到？”张恒目光里闪烁着期待之色。 晏婴接过罗列了药材的纸后，仔细看了起来。落银草、深海银母、百足金钱蜈蚣、石亚木、火山星灰、千年寒虫、子母花、天殇水、落星石、万年雪莲。晏婴看到这十种稀有药材，微微皱起了眉头。张衡小友，你这十种稀有药材还真是世所罕见，有些我连听都没听过。不过这张单子上的子母花，我那里倒是有一颗。张衡听到晏婴有其中一种，心下一喜。晏老前辈，若能将子母花送于我这里的话，你随便挑。 张恒满口应道：“这张纸上的十种药材，每一种都是世所罕见的药材，别说普通人了，就连修炼高人也不一定知道，更别提拥有了。没问题，到时候我给你亲自送来。另外，剩下的九种稀有药材，我可以帮你去江南丹药协会问一问，或许能帮你找到。”燕英一脸热切的说道：“他这是想交张恒这个朋友。”“那就多谢晏老前辈了。这里的话你先挑，我先帮你画江山河川图。”张恒说着，认真的坐在了椅子上，然后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晏英则是兴奋地在画室里挑选起他想要的画来，而南宫轩月则是来到了张恒身边，他想看看张恒的画技到底如何。江山河川图是以山川河水为主的一幅画，只是在画里刻印上了符阵，能将人困在画中景象里。这对于张恒来说一点也不难。随着画笔的不断甩动，偌大的一张白纸上开始逐渐被画上了山川，接着是河水。张恒每画出一笔，都有灵气蕴含其中，使得他画出来的景象除了惟妙惟肖外，自带灵韵，让人看起来仿佛是活的一般。 很快，山川河水便画完了。张衡又在山水画上刻印了幻灵阵。刻印符阵要比单纯的画画难许多，不过这对于张衡来说一样很简单。站在旁边一路看下来的南宫轩月，看着张恒那熟练的画技以及精妙的刻印符咒的手法，早已彻底拜服了。一个多小时后，张恒终于将所谓的江山河川图给画完了。好了，画完了。张恒眼里闪过一丝喜色。与此同时，晏婴也挑选完了一幅他最中意的画。 然后第一时间来到了张恒身后。当看到惟妙惟肖的江山河川图时，心中万分震惊和欣喜。张恒小友，你居然真的把江山河川图给完整画出来了，当真厉害！晏婴早就眼馋赵顺的这幅江山河川图了，然而如今他却轻松获得了。燕老前辈，这幅画我就送给你了，你也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张恒淡淡的说道。晏婴既然和赵顺关系这么好，那么他肯定不会怀疑晏婴的话。只要将赵顺和赵如意骗来重阳山，那么他们就必死无疑。好。 我马上给赵顺打电话。燕英点了点头后，赶紧拿出手机，然后打给了赵顺。第四百一十章，瓮中捉鳖，等的就是你。第四百一十章，瓮中捉鳖，等的就是你。京城北边的清风山脉，一处神秘的行宫内，正在盘膝修炼的赵顺听到电话声响起后，忽然睁开了眼睛，看到来电显示是燕英后，赵顺没有一丝犹豫，赶紧接了起来。赵顺只听了一会电话后，脸上便露出一抹喜色，但语气却表现得很是平静。辛苦燕老兄了，你就好好养伤，过几天。 我会去趟江南，把你要的那幅江山河川图给你带过来。赵顺挂了电话后，心中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他算计了这么久，终于将张衡重伤了，剩下的只要他过去收拾残局就可以了。此时赵如意正好走了进来，看到老祖宗满脸激动之色，忍不住好奇的出声询问道：“老祖宗，你何事这么高兴？”如意，告诉你个好消息，我那燕英老兄和张衡刚打了一架，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两人现在都伤得很重。”赵顺满脸兴奋的说道。赵顺对燕鹰的话毫不怀疑。 毕竟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好友，对方不可能骗他，所以赵顺认定现在的张恒根本不是他对手。赵如意听到这里，心里也是激动不已，他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要来临了，太好了！张恒被阴阳噬灵蛊吸掉了一半灵力，现在又处于重伤，正是杀掉他的好时机。赵如意满脸激动的说道：“嗯，现在的确是出手杀张恒的最好时机。”赵顺也点了点头，他感觉这次杀掉张恒是十拿九稳了，所以他决定要出手了。老祖宗。 我们什么时候去上阳城杀了张衡？赵如意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为了以防万一，我去上阳城杀张衡，你待在这里守护圣子。赵顺颇为谨慎，顿了顿后，话锋一转，又继续说道：“万一我没有回来，你就带着圣子去天海市，那里有圣王殿的分布。不得不说，赵顺行事很是谨慎。不行，我要亲眼看到张衡死在我面前。他杀我赵家堡的人，抢我财产，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赵如意一脸杀气的说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就是老祖宗我能活两百多年的关键。”所以。 你和圣子先待在这里为妙，一切由我。”赵顺很是郑重的说道。赵如意看到老祖宗郑重的表情，只能作罢。好吧，不过张衡的尸体还请老祖宗交给我，我一定要鞭尸三日，方能解我心头之恨。”赵如意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放心，等我杀了张衡，他的尸体任你处置。”赵顺顿了顿后，神色郑重的再次提醒道：“另外，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万一我没有回来，赶紧带着圣子去天海市找圣王殿的分部，只要投靠圣王殿，我们赵家就永远不会输。” 甚至还能一飞冲天。不得不说，赵顺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怪不得能活两百多年。记住了，老祖宗。赵如意应了一声后，赵顺便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密室内。重阳山，张衡在送走了燕婴和南宫轩月后，开始准备在山里布置阵法。这赵顺应该也是尊神境大后期的境界，活了两百多年，实力应该不差。特别是他的速度快如闪电，必须压制一下，不然杀不了他。张衡虽然炼制了很多高级灵气，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决定在众阳山上布置法阵，一旦法阵开启，除了能压制赵顺的实力外，还能让他没法逃脱。当初在静水山庄，张恒可是对赵顺那快如闪电的移动速度记忆犹新，要不是他速度太快，赵如意可能在那时就已经死了。布置法阵的时间只有一天，可能一天后赵顺就会过来，我得抓紧时间了。想到这里，张恒便感受到了急迫，旋即抓紧时间在众阳山的各处精心布置了起来。张恒要布置的是囚龙阵。 这囚龙阵乃是高级法阵，需要一百零八道阵符组成，一般阵法修士根本掌控不了。好在张衡有万千道法诀，这囚龙阵对他来说不难。而且这囚龙阵一旦将敌人困住，不但能削弱对方的实力，还能让对方逃脱不得，正适合用在像赵顺这样速度太快的敌人身上。只用了一个晚上，张衡便将囚龙阵的各处阵符画好，将之布置了在众阳山中，终于完成了。只要赵顺赶来，那么我就能让他有来无回。张衡看了一眼自己亲手布置的囚龙阵。 非常满意。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张恒盘膝坐在山顶上，静等赵顺送上门来。中午的时候，赵顺从上阳城的飞机场走了出来，一袭黑色衣袍的他，很是低调的坐进了路边的一辆出租车里，然后直奔重阳山。张恒，我来了。赵顺低调的眼神里潜藏着浓浓的杀气。一个多小时后，出租车停在了重阳山的山脚下。赵顺刚一出现，盘膝坐在山顶的张恒便感受到了他的气息。终于来了。张恒缓缓睁开了眼睛，不过并不急于现身。 而赵顺来到众阳山后，直接一个跳跃，来到了山腰处，然后朝着那栋别墅走去。在他想来，张恒既然受了重伤，那肯定是在别墅里休养。然而，他一脚踢开别墅的门后，却未发现任何一个人。这小子人呢？难不成意识到我会来杀他，躲起来了？赵顺在别墅里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张恒，旋即又从别墅里走了出来，正准备去山腰处其他的房子找寻的时候，张恒忽然从空中飞了下来。赵顺，你是在找我吗？张恒轻飘飘的落在了赵顺身前十米处。 嘴角带着一丝浅笑，瓮中捉鳖，等的就是你。可惜赵如意没有跟来。张恒，你没受伤？赵顺看到张恒很是完好，心中很是震惊。之前晏婴打电话给他说张恒受伤严重，然而眼下看来，张恒好像根本没有受伤，让你失望了。我的确没有受伤，好的很。张恒淡淡说道。不可能，晏婴不可能骗我，你一定受伤了，而且灵力也不足，现在只是强装轻松而已。赵顺很快就自我脑补出了一个结果，晏婴是他几十年的好友，绝对不会骗他的。 所以他选择相信燕英的话，而眼前张恒看起来完好无损，肯定是装出来而已，是吗？那我们打过就知道了。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小子，你被阴阳师灵骨吸了一半的灵力，又被燕英打成重伤，还想跟我打，简直是找死！”赵顺说着，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细软的长剑，然后脚尖点地，整个人如一条毒蛇一般扑向张恒。他手里那把细软的长剑便如毒蛇的獠牙，剑尖处还散发出黑色的煞气。面对赵顺的进攻，张恒不退反进。 天雷剑也瞬间出现在他手里，来得好！张恒低喝了一声后，同样一剑刺了过去。一剑既出，天雷剑气纵横而出，宛如一道闪电一般。黑煞剑气和天雷剑气正面相撞，在僵持了一会后，天雷剑气直接击碎了黑煞剑气，然后径直袭向赵顺。什么？怎么可能？赵顺看到这里，心里震惊不已。他引以为傲的黑煞剑气，居然被张恒给击碎了。心里震惊的同时，也终于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张衡并没有受伤，而且他的灵力似乎也没有被消耗。这个结果让赵顺完全接受不了。他步步谨慎，稳扎稳打，但最后却还是中了张衡的计。第四百一十一章，让你死。第四百一十一章，让你死。赵顺此时心里很是震惊，张衡非但没有受伤，好像灵力也没有下降，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张衡，你真的太让我惊讶了，非但没有受伤，灵力也没有下降。赵顺顿了顿后，话锋一转道：“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杀死我吗？我的速度天下无敌，你追不上我的。赵顺一生行事谨慎，对于速度他是专门修炼过的，打不过就跑，小命最重要，这是他在面对强者时候一贯奉行的策略，也是因为这个思想，才让赵顺能活到两百多岁。赵顺对自己的速度很是自信，虽然今天被张衡算计了，但自信张衡杀不了他。不过他绝对想不到，张衡为了对付赵顺的速度，早就做了安排，是吗？张衡嘴角微微一扬，旋即随手掐了一个法诀。 顿时被布置在众阳山中的囚龙阵迅速被激活，一道道青色的光芒从众阳山各处升起，转眼间便组成了一个囚龙大阵，将整个众阳山都给覆盖了进去。赵顺还在疑惑的时候，身子陡然一重，身上的灵力好像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感受到这里，赵顺顿时脸色大变，这这是阵法。赵顺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心中第一次惊恐了起来。如此压制会让他的速度优势变废。没错，这是囚龙阵，专门用来对付你的。在这个囚龙阵内。 不光你的实力被压制，还让你无从逃跑。张恒嘴角一扬道：“也就是说，你的速度优势在这囚龙阵下将会变得荡然无存。”张恒精心算计，为的就是引诱赵顺上门送死，怎么可能会让他轻易离开？唯一可惜的是赵如意没有上钩，不然可以一网打尽。囚龙阵，好一个囚龙阵！赵顺咬牙切齿道。赵顺万万没想到张恒居然会布下囚龙阵来对付他，同时也确定了一点，那就是几十年好友的晏婴居然骗了他。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赵顺，只要你乖乖说出赵如意的藏身之地，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张恒淡淡的说道。张恒的目的就是要杀赵如意，赵顺只是个附带而已。赵如意可是我们赵家飞黄腾达的关键，你是杀不了他的。”赵顺呵呵笑着回道，同时心里也暗暗庆幸，提前一步安排好了赵如意和圣子的退路，不然赵家就此要陨落了。赵顺，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受死吧！”张恒知道赵顺不会说出赵如意的下落，旋即也不废话了。 握紧手里的天雷剑，一剑朝赵顺刺了过去。在囚龙阵里，张衡的实力没有受到压制，而赵顺的实力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制。但即使是这样，赵顺也不甘心就这样认输，所以他决定拼命了。你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吗？太小瞧我了！赵顺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个黑色的珠子，然后猛地砸向了持剑朝他刺来的张衡。摄魂珠爆！随着赵顺的话音落下，那颗黑色的珠子突然在空中爆炸了开来，然后摄魂珠里的黑色煞气宛如浓烟一般滚滚涌,涌向张衡。 持剑刺来的张衡，瞬间便被这摄魂珠里的黑色煞气给笼罩。张衡的精神被这黑色煞气所侵袭，使得他的攻击停了下来，而且脑袋还出现了眩晕的状态。赵顺看到这里，一脸得意的大笑：“哈哈，张衡，没想到吧？我这摄魂珠能让你精神错乱，即使你实力再强也没用，受死吧！”赵顺趁着张衡的精神摄魂珠影响的瞬间，握紧黑煞剑，快速的朝张衡攻去。黑山剑意，赵顺用尽全身的灵力，疯狂使出了绝招。这黑山剑意一出。 周边的天色都为之一黑，有种乌云压顶的感觉。一剑既出，赵顺的身上都冒出了黑色的煞气，手里的细软长剑更是幻化成了巨大的毒蛇，张开血盆大口，猛地扑向了张恒，去死吧！赵顺是要将张恒杀死在眼前。然而，就在赵顺的剑快要刺到张恒身上的时候，张恒整个人突然消失在了煞气形成的黑雾里。赵顺的黑山剑意刺了个空，但强大的剑气直袭百米，将那身后的凉亭直接打得粉碎。剑气过处。 地面寸草不生，像是被人轰炸过了一般，可见这一剑的威力很强。这还是赵顺实力被压制后的伤害，要是没有被压制，这一剑的威力还要强大。人呢？赵顺看到自己刺了个空，心中瞬间警觉了起来。我在你身后。张恒刚才用土遁术直接躲过了这黑山剑意。你，你居然摆脱了摄魂珠的控制！赵顺转过身来后，看到张恒安然无恙，心中大为震惊。小小一颗摄魂珠，奈何不了我。现在该换我了。张恒嘴角微微一扬。 旋即手握天雷剑，凝聚心神，再次朝赵顺攻了过去。九天雷剑，张恒大喝了一声后，身上灵力狂涌，天空上忽然射下来一道雷电，正好打在了张衡的天雷剑上，使得天雷剑上流窜出许多电流。张衡借着这天雷的威力，猛地一剑朝赵顺劈了出去。一剑劈出，巨大的天雷剑气化作了一条巨大的雷龙，张牙舞爪的扑向赵顺。巨大的雷龙一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充斥了强大的电流，将赵顺的退路全部封死。 同时，也让赵顺身子被电流麻痹的不能动弹。怎么可能？好强大的雷电！我的身子竟被电流麻痹的动弹不得了。赵顺心中惊恐无比，面对越来越近的雷龙剑气，赵顺又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手掌般大小的铜钟，然后猛地往上一抛。乌铜钟响！赵顺这是殊死一搏了。话音一落，乌铜钟忽然发出了一声巨大的钟声。咣<光>！乌铜钟的钟声以波浪的形式往外迅速扩散开去。这钟声拥有震散能量的作用。赵顺这是想用乌铜钟来震散雷龙剑气。 然而，他还是小瞧了这雷龙剑气。乌桐中的钟声在传到雷龙剑气的瞬间，居然被反震了回来。什么？赵顺一脸的不敢置信。下一秒钟，乌桐钟被雷龙剑气给震碎。赵顺看这里，脸色大变，然后用尽全身灵力，赶紧在身前释放出一个屏障，想要抵挡这雷龙剑气。不过，雷龙剑气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用灵力形成的屏障几乎是瞬间被摧毁。下一刻，雷龙剑气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赵顺的胸口多出了一个窟窿。 猩红的血液从窟窿中狂涌而出，我我居然会死在这里！赵顺的眼里闪过一丝不甘心，但随即他嘴里喷出了一大口鲜血，眼前的视线也逐渐模糊了起来。赵顺，这是你咎由自取的下场！张恒持剑而来，眼神一片冰冷。哈哈，张恒，你以为杀了我，你就算赢了吗？告诉你，有人会为我报仇的，你等着被圣王杀死吧！圣王一怒，横尸千里，你还有你的家人朋友，统统都要死！赵顺疯狂大笑，旋即嘴里又涌出来一大口鲜血。 然后突然眼前一黑，身子缓缓倒了下去，彻底死翘翘了。张恒看着倒在地上彻底死去的赵顺，眉头微微一皱。圣王是谁？难不成赵如意还有靠山？第四百一十二章参加江南丹药大赛。第四百一十二章参加江南丹药大赛。京城北边的清风山脉一处神秘的行宫内，赵如意这几天一直在这里等老祖宗回来，然而左等右等，一直不见赵顺回来，这让他心里渐渐升起一抹不祥的预感。老祖宗都去上阳城三天了，照理说应该都回来了。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赵如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显得很是焦急。老祖宗是赵如意目前的靠山，他不回来，他自然是着急不已。老祖宗该不会出意外了吧？一想到这里，赵如意的心情就有些焦躁不安。随即摇了摇头，应该不会的。张衡被阴阳师灵蛊吸了一半的灵气，又被夜莺重伤，以老祖宗的实力杀他绝对没有问题。赵如意不断安慰着自己，可现实是老祖宗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不行，得派人去探查一下情况，不然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想好了决定后。 赵如意便派人去上阳城打探消息，而他则继续在这行宫内焦急地等消息。两天后，赵如意派出去的那名弟子给他打来了电话：“赵总，我在重阳山附近打探过了，五天前有人的确看到张衡和老祖宗在重阳山上战斗过，只是最后老祖宗被张衡一剑穿胸而死。”“什么？老祖宗死了？”赵如意握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一脸的不敢置信，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在他想来，张衡被阴阳噬灵骨吸了一半灵气，又被燕鹰重伤。 怎么可能是老祖宗的对手？然而现实就是，老祖宗也死在了张衡手里。老祖宗一死，那么他们赵家在京城的实力就要大降。更关键的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母子了。赵如意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深山密林里。赵如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好一会，终于想到了一条退路。现在只有最后一条退路了，那就是去天海市找圣王殿分部。只有依靠圣王殿，才能杀死张衡了。赵如意很快就做出了决定，然后当天就开始收拾东西，带上儿子张康，准备秘密前往天海市。与此同时， 张恒则在重阳山继续搜集稀有药材，晏婴则是兑现承诺，将子母花给带了过来，将它种在一个花盆里，连泥土也一并带了过来。南宫轩月也跟了过来，他那超凡脱俗的气质，有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感觉，宛如仙女下凡一般。张恒小友，子母花我给你带过来了，你看一下吧。晏婴说话的同时，将手里的那盆子母花递给了张恒。多谢晏老前辈。张恒看到这子母花，脸上闪过一丝喜意。有了这株子母花，那么炼制结阴丹。 就只缺最后九种绝品药材了。想到这里，张恒又忍不住追问道：“对了，燕老前辈，你上次说江南丹药协会有很多绝品药材，有帮我问吗？帮你问过了，有三种绝品药材正是你需要的。不过这三种绝品药材目前很是抢手，有不少炼丹大师也在竞争，所以你想要拿到这三种绝品药材，得跟他们正面竞争了。”燕鹰皱了皱眉头说道：“像这种绝品药材，在炼丹协会内部也是非常抢手的，所以为此竞争是很常见的。竞争？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吗？”张恒下意识的问道。 当然不是，晏婴摇了摇头后继续说道：“在江南丹药协会，谁能炼制出更高级的丹药，才有优先挑选绝品药材的权利。所以，你想要拿到这三种绝品药材，就必须炼制出比他们更高级的丹药来，不然很有可能被其他炼丹大师给抢先拿走了。”哦，还有这种规定？正好我也去凑个热闹。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正好明天江南丹药协会有一场炼丹大赛，江南六省各个顶级炼丹大师都会过来。张恒小友若是有兴趣。” 我明天可以带你过去参加。晏婴顿了顿后，话锋一转道：“不过要想参加这炼丹大赛，需要高级炼丹师才能参加。高级炼丹师，可我没有认证过，更没有证书。但是我的炼丹水平绝对在高级炼丹师水平之上。”张恒皱了皱眉头，要是不能参加这炼丹大赛，就没办法优先挑选这三种绝品药材了。无妨，只要你能出具高级丹药，并证明你有炼制高级丹药的实力，也可以参加这炼丹大赛。晏婴想了想后说道：“高级丹药，金元丹可以吗？”张恒想了想后回道：“他现在身边金元丹有现成的，也是最高级别的。” 要是炼制在高级别的，那得重新搜集炼丹药材，可能时间上就不够了。金元丹是你炼制的？燕音听到这里，一脸的震惊。站在旁边的南宫轩月听到这里，白皙粉嫩的俏脸上也满是惊讶的表情。张恒，你会炼制金元丹？显然，这师徒俩对金元丹的效用和名气都听说过。对，金元丹就是我炼制的。张恒点了点头，说着从身上拿出了一颗剩下的金元丹，递到了他们面前。这就是金元丹，普通人吃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能活下来，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效用。 晏婴看到这里，赶紧一把接了过来，认真的看了起来，还凑近鼻子仔细闻了闻，很快就确定这真的是金元丹，还真是金元丹。没想到张恒小友居然还会炼制金元丹，当真让我大吃一惊。南宫轩月也拿过了那颗金元丹，凑近眼前仔细看了起来，很快也确定这真的是金元丹，因为之前他们师徒俩就曾有幸见识过一颗金元丹，也亲眼见识过金元丹的神奇效用，而且这金元丹在江南丹药协会里算是顶级丹药的那种。这张恒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还能炼制出金元丹！南宫宣月忍不住偷偷多看了一眼张恒，感觉越来越看不透他了，而且莫名的还觉得张恒长得有点帅。看着看着，南宫宣月的眼眸便一直舍不得从张恒身上移开，直到张恒转过头来，南宫宣月这才紧张的将眼神收了回来，只是心跳微微一阵加快。燕老前辈，不知我这颗金元丹能否让我有资格参加这江南丹药协会的炼丹大赛？张恒出声询问道：“自然可以，这金元丹在江南丹药协会早就被认定为顶级丹药之一，你凭着这颗金元丹就能参加这丹药大赛。” 晏婴点了点头，道：“同时对张恒又再高看了一眼，感觉眼前这年轻人越来越神秘了。既然如此，那就麻烦晏老前辈明天带我去参加这江南炼丹大赛了。”张恒躬身说道：“为了拿到这三种绝品药材，张恒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第章”第四百一十三章炼丹，我是认真的。第四百一十三章炼丹，我是认真的。江南丹药协会是江南六省最大的丹药协会，里面聚集了江南六省最优秀的炼丹大师，很多还都是修炼者。这次的炼丹大赛。 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一次大型炼丹赛事，能参加这炼丹大赛的，至少都是高级炼丹师。可见这次的炼丹大赛级别很高。燕英带着张恒和南宫轩月一早便来到了这江南丹药协会。从车子里出来后，张恒抬头看了一眼偌大的丹药协会，微微有些惊叹：这丹药协会建造的非常宏伟，宛如一个体育场那么大。外面停了无数豪车，各种炼丹大师、豪门大佬来往不绝。这丹药协会还真是大，面积堪比一座体育场了。南宫轩月也是第一次来这丹药协会。 忍不住感慨道：“这可是江南六省丹药协会的总部，能不大吗？”“随我进去吧。”晏婴说着，带头往里走去。张恒和南宫轩月很快也跟了过去。张恒，你要想参加这次的炼丹大赛，首先得先验明你高级炼丹师的实力。”晏婴边走边说道。“没问题，金元丹我带了。”张恒点头应道。以他的炼丹大道，估计整个丹药协会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晏婴带着张恒来到了一间专门用来验明炼丹师身份的地方。 这是一处炼丹房，也是一处办公的办公室。里面有不少炼丹师在验明身份，不过都是在验证高级炼丹师的证书，几乎没有人在现场验证炼丹师的实力。燕英挤过人群，来到了一位穿着黑袍风衣的中年男子面前：“高兄，我有个朋友想要参加这次的炼丹大赛，但没有高级炼丹师的证书，所以想在你这里验证下他的炼丹实力。”燕英很是熟络的说道：“燕老兄，你哪个朋友要参加炼丹大赛？”高飞红笑着说道。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的关系颇为不错，还很熟悉的样子。他叫张恒。 风靡整个中海的金元丹就是他炼制的。燕英说着，把张恒叫了过来。高飞鸿一听炼制金元丹的主人来了，眼睛微微一亮。不光是他，周围过来验明身份的炼丹大师以及丹药协会的工作人员，都纷纷把目光看向了张恒。实在是金元丹的名声最近太盛了，所以他们都想看一看能炼制出金元丹这种顶尖丹药的高人长得什么样。然而，当他们看到张恒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时，眼里都闪过一丝质疑：金元丹是他炼制的，叶老兄。 你不会是搞错了吧？这么年轻，有毛的炼丹经验？这种年纪的炼丹师，最多也就初级吧？高飞鸿颇为瞧不起的说道。他这话得到了在场其他众人的赞同。炼丹需要讲究火候掌控、药材辨识、灵力修为等等，这些东西无一不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所以也怪不得他们会对张衡有所质疑。金元丹可是丹药协会公认的顶级丹药，其中所涉及的药理和炼丹火候都需要极为高明。这小伙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金元丹的主人呢？在场很多人都纷纷出声质疑道。 不过，燕英似乎对张恒很有信心，旋即解释道：“大家不要看张恒小有年纪轻，但他的实力可是在我之上。而且他这次过来可是带了金元丹过来的。”张恒听到这里，将身上带来的那颗金元丹给拿了出来，这便是金元丹。大家若是不信的话，可以拿去随时验证。张恒将金元丹放在了手掌心上，展示给了众人看。高飞鸿等人都下意识地将目光落在了这颗金元丹上。老夫正好有幸见识过金元丹，就让我来验证一下吧。忽然，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佝偻着背的白发老头。 这老头叫孔蒙，是一名高级炼丹师，同时还是一名修炼者，而且他在丹药协会很有威望，所以他出面要验这颗金元丹，大家都非常支持。有孔老兄亲自验证，我们当能信得过。高飞鸿点头赞同道：“对，还是让孔大师验一验吧。”在场的其他人也纷纷出言说道，他们也都想知道这颗金元丹到底是不是真的。张恒倒是无所谓，既然大家都想让这老头验一下，那他也没什么好拒绝的，直接将那颗金元丹递给了孔蒙。 那就麻烦老前辈了。”张恒颇为谦逊地说道。孔蒙点了点头后，将那颗金元丹接了过来，先是将之凑在眼前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又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在他做验证的时候，在场众人都凝神屏息地看着。很快，孔蒙老头就查验完毕。这丹药无论是气味还是色泽，都跟金元丹分毫不差，应该是真的金元丹，不会错的。孔蒙一脸郑重地说道。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都一阵震惊，居然真的是金元丹，真是没想到，这个结果的确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不过高飞红顿了顿后，又接着说道：“这金元丹虽然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是这位张衡小友炼制的。万一他是出钱买过来的呢？除非他能现场炼制出金元丹，如此才能验证张衡小友的炼丹实力。”这话得到了在场众人的一阵赞同。高兄说的话没错，万一这金元丹是张衡买过来的，那就证明不了他有炼丹大师的实力。对对，要是随便买一颗高级丹药就能证明高级炼丹师的实力，那就谁都可以了。在场很多炼丹大师都纷纷出声附和道。 张恒似乎早就猜到他们会这么说，旋即出声说道：“我可以现场炼制金元丹，不过所需各项药材还需要众位帮忙提供。这个简单，我们丹药协会最不缺的就是药材，你需要什么药材，尽管说就可以，我们这里应有尽有。”高飞鸿信誓旦,旦旦的说道：“这样最好。”张恒点了点头，随即在桌上拿过了一张纸和笔，将炼制金元丹的药材都写了上去，然后将之递给了高飞鸿：“麻烦尽快把这些药材准备齐全，我好炼制金元丹。”拿了炼制金元丹的药材配方后。 周围的炼丹大师都纷纷伸头看了过来，都想看看这顶级丹药金元丹的配方。燕英和南宫轩月看到这里颇为生气，这可是张衡的金元丹配方，然而眼下却被他们争相翻看。要知道，一种高级丹药最珍贵的就是配方了。然而张衡却是无所谓，想要炼制出金元丹，可不是知道了配方就能炼制成功的。没问题，这些药材我马上就给你准备好。高飞鸿看了几眼这药方后，便叫人配制药材去了。张衡看到高飞鸿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微微感叹：这丹药协会果然不一般。 要知道，炼制金元丹的药材有好几味，都是珍稀药材。而高飞鸿他们连眼都不眨下就下去准备了，可见他们丹药协会的稀有药材真的很多，而且很全面。这次果真是来对地方了。不消十分钟，一个丹药协会的弟子拿着一个麻袋匆匆赶了过来。高主任，你需要的药材都准备齐全了。嗯，辛苦你了。高飞鸿宽慰了那弟子后，转身将这一麻袋药材递到了张恒面前。张恒小友，你需要的药材都准备齐全了，可以开始炼制金元丹了。至于丹炉。 我们这里也有。高飞鸿说话的时候，指了指房间尽头的那个硕大的炼丹炉，炼制金元丹还不需要我用炼丹炉。张恒嘴角微微一扬，以他现在的实力，炼制金元丹不仅不需要炼丹炉，速度也要快上许多。而在场的众人听到张恒炼丹不需要炼丹炉，都一阵嗤之以鼻，认为他是在吹牛。就连燕鹰和南宫轩月也觉得这牛逼吹的有点大了。张恒，你是不是装逼装的太过了？在这里的可都是炼丹大师。南宫轩月小声的说道：“我没有装逼。” 我说的是实话而已。张恒嘴角淡淡一扬，旋即将那一麻袋的药材给拎了起来，接着伸出右手掌心，很快幽蓝色的火焰在他的手掌心处燃烧了起来。掌心火，这蓝色的火焰一出，震惊了在场所有人。这掌心火可不是一般人能掌控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恒是个修炼者。看到这里，众人看向张恒的眼神都变了。大家可看好了，我要开始炼制金元丹了。张恒扫了一眼众人，旋即将麻袋里的药材快速而有序的放入蓝色的掌心火中。 这种肉眼能见到的炼丹过程，再次震撼了在场所有人。居然还能这样炼丹，当真长见识了。很多炼丹大师眼里都闪烁出了光芒，而南宫轩月看到这里，眼神里也同样多出了一丝异彩。这个神秘而帅气的男子，再次深深吸引了他。很快，一麻袋的药材被张恒给全部放入了蓝色掌心火中，每一种药材都化为了药液，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合成了一滴，最终药液逐渐凝固成一颗丹药。金元丹炼成了，一共耗时不到十分钟。 如此快速而奇特的炼丹方式，再次震惊了在场所有人。第四百一十四章，反正他就是比你们厉害。第四百一十四章，反正他就是比你们厉害。张恒的徒手炼制金元丹，震惊了在场所有人。金元丹已经炼制完毕，现在你们可还有什么异议？张恒将刚炼制好的金元丹放在了手掌心处，展示给了众人看。孔蒙大师第一时间上前查验丹药是否是金元丹，在场的众人目光都再次看向了孔蒙大师，都等着他鉴定出结果。孔蒙大师在仔细查验了一番后。 很快就再次做出了宣布，张恒小友炼制的金元丹的确是真的。听到这里，现场众人在看向张恒的时候，眼神完全变了。能徒手炼制出金元丹，这份炼丹实力，别说是高级炼丹师了，就是宗师级炼丹师也不一定能做到。晏婴看到这里，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南宫轩月看向张恒的眼神里，更是多出了一丝崇拜。高兄，我这张恒小友的炼丹实力怎么样？足够参加炼丹大赛了吧？晏婴笑着说道。够了，够了，够了张大师的炼丹实力。 都可以评得上炼丹宗师了。高飞鸿此时也不敢再小看张恒了，连连点头称道，看向张恒的眼神里更是多出了一丝尊敬。在丹药协会里，炼丹实力越强，就越会受到尊崇。在场的其他众人看向张恒的时候，眼神也都带着一丝崇敬。那赶紧办身份吧，张恒小友还等着参加炼丹大赛。燕英出声催促道：“马上，马上！”高飞鸿点了点头后，赶紧给张恒办了身份证明，然后将一张表明身份的卡片递给了张恒。张大师，你拿着这张卡片。 就可以去参加炼丹大赛了。多谢张恒，说着随手接过了这张卡片，领取了身份证明后，张恒便跟着燕英和南宫轩月很快离开了这里。然而张恒前脚刚离开，他之前留下的那张金元丹药方却被众人抢夺了起来。这药方是我的，你们别抢！高飞鸿死死的拿着药方不撒手，而其他炼丹大师却哪肯甘心？这药方是张大师的，你凭什么独享？快给我抄一份，我也要！高飞鸿，你别想着吃独食！就因为张恒的这一份金元丹药方。 整个办公室内的众位炼丹大师都争抢不已，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可惜他们却不知道，想要炼制出金元丹，光有这一份丹方完全是没用的。在他们争相抢丹方的时候，张恒和晏婴已经来到了丹药大赛的比赛场地。这是一处大型的露天广场，面积很大，堪比一个足球场地。在广场上摆放了近百个炼丹炉，很多炼丹大师早已站在炼丹炉旁，准备就绪了。张恒，这里除了几十位炼丹大师外，还有十个炼丹宗师。 以及两个炼丹圣手，你有信心赢下这场炼丹大赛吗？晏婴扫了一眼炼丹广场后，皱眉说道：“放心，这场比赛我要赢。”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为了那三种绝品药材，这次的炼丹比赛，张恒一定要赢，而且还准备炼制一颗绝世神丹。”张恒加油，我在外面为你加油。”南宫宣月忍不住出声鼓励道，看向张恒的眼神里闪烁着异彩。“嗯，那我先进去了。”张恒点了点头后，旋即迈步朝炼丹广场走去。在入口处，张恒出示了验明身份的卡片。 张先生，您的比赛场地是六十八号位置。工作人员看了卡片后，对张恒提示道：“谢谢。”张恒随口应付了一句后，往炼丹广场的第六十八号位置走去。在张恒步入炼丹广场的时候，四周的席位上坐满了不少神豪大佬。他们来此的目的都是为了求丹药而来，特别是那些炼丹宗师以及炼丹圣手，他们炼制出的丹药，据说吃上一颗能消除百病，还能延年益寿。所以，这些神豪大佬都是为了这些神丹而来的，甚至都已经准备好争抢一番了。 在坐等炼丹比赛开始的同时，这些神豪大佬也开始议论起了比赛情况。今年这届炼丹大赛冠军不是左圣手，就又是周圣手了。是啊，去年是周圣手拿到的冠军，前年是左圣手拿到的冠军。这两人轮流称冠，算是制霸了江南六省炼丹界。没错，这次我更看好周圣手。听说他又研发出了一种新型丹药，吃了后能洗髓伐骨，让人的修炼资质提升好几倍。真的假的？还有这种仙丹？炼丹到了他们那个层次，可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了。不过。 我听说左圣手这次也准备了新型丹药，很是神秘，是吗？如此，今年就又有一场好戏可看了。南宫宣月和晏婴坐在观众席位上，也听到了周边这些神豪大佬的对话，他忍不住出声搭话道：“今年可不一定是他们两位圣手拿冠军了，我可知道一位比他们还厉害的炼丹师。”哦，小姑娘话可不能乱说，谁不知道在江南六省的炼丹界里，左圣手和周圣手两人称霸十几年了，不要说炼丹实力超过他们，就是能比肩他们的可能也没有。袁大福忍不住质疑道。 那可不一定。两位圣手虽然炼丹实力厉害，但跟我这位朋友比起来，那可能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南宫轩月自从看过张恒徒手炼丹后，就对他很是有信心。呵 <laughs>，小姑娘，既然把你朋友说的这么厉害，那请问是哪位高人让你如此赏识？袁大福不满的出声说道：“就是六十八号那位，他的炼丹实力，在场上的那些炼丹大师都没有他厉害。”南宫轩月指着张恒的位置说道。袁大福等一群大佬下意识的转头看去，当他们看到六十八号位置上的是一位年轻人后， 更是摇了摇头，就这小子也想战胜左圣手和周圣手，他不会是你男朋友，所以才觉得他很厉害吧？袁大福忍不住埋汰道。情人眼里出西施，袁大福见南宫宣月这么看好张恒，下意识的以为他们俩是情侣关系，不然他实在解释不通。而南宫宣月听到袁大福说他和张恒是情侣关系，俏脸忍不住一红，而且还红到了耳根处。反正他就是比这些炼丹师厉害，南宫宣月暗嗔道。晏婴看到南宫宣月这么维护张恒，人老成精的他似乎看明白了一些。 薛月，张恒此子前途不可限量，你以后可以跟他多亲近亲近。他现在正好离婚了，你们可以多多交流。南宫薛月听到师父也这么说，俏脸更红了。第四百一十五章神丹出世，惊呆全场。第四百一十五章神丹出世，惊呆全场第章。第四百一十五章这次的炼丹大赛参赛人员一共有一百二十人，都是炼丹大师级别以上的炼丹师，其中还有十六位炼丹宗师以及两位炼丹圣手。往年的炼丹大赛基本都是周清源和左宏伟两人轮流胜出。 其他人都是陪衬，而今年有张恒在，显然结果要不一样了。不过在场的很多大佬都不认识张恒，他们的目光很少聚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更多的是看向参赛一号位的周清源和二号位的左宏伟。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有一位主持人拿着话筒走了上来。一百二十位参赛成员已经全部就位，炼制丹药的所需材料都在左右两边的木框内，一共有四百味药材。所有炼制丹药的材料都必须从官方提供的四百种药材里挑选，参赛成员不允许自己携带药材。 一经发现，立刻取消比赛资格。主持人通过话筒将炼丹比赛的规则简短地说了一遍，这也是历届炼丹比赛的规则。张恒听到这里，左右看了看，果然有两排长长的木框放在那里，木框里面装了很多药材。这丹药协会的药材还真是多，要是和他们打好关系，剩下的几种绝品药材说不定可以让丹药协会帮忙搜寻。想到这里，张恒更加下定决心要拿下这届炼丹大赛的冠军了。只有拿出强大的实力，丹药协会才会重视他。炼丹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比赛时间为六个小时，时间结束后以炼制出的丹药品接定输赢。主持人通过话筒再次大声宣布道，话音一落，一百二十位参赛的炼丹师都蜂拥朝左右两边的木矿去挑选药材，唯恐落后一步，药材会被别人抢完。张恒倒是不急，反正他可以炼制的顶级丹药有很多，而且木矿里的药材会有工作人员随时添加，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被抢完。两位炼丹圣手周清源和左宏伟他们也没有着急，而是气定神闲的站在那里。他们两位的比赛位置彼此临近。 都能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大有一副敌不动我不动的感觉。周兄，你今年倒是很沉得住气啊。左宏伟摸了摸灰白的胡须，说道：“左兄，今年为了能赢过你，我可是特意准备了一种神秘天丹，你这次就等着认输吧。”周清源很是自信且神秘的说道：“是吗？正好我今年也研制出了一种天丹，你想赢我可不容易。”左宏伟笑着说道，心中同样自信无比。那就让我们好好比比谁的天丹品级更高。周清源说着，开始大踏步的往左边的木框走去。左宏伟见周清源动了。 他也开始动了，身法一动，速度奇快无比，也去挑选药材去了。两人这次要炼制的都是天丹，比一般的丹药等级要高上很多，甚至比金元丹还要高上一个层次。可见这两位丹药圣手都是有真本事的。在他们俩快速挑选炼丹药材的时候，张恒也不紧不慢的挑选起了炼丹所需的药材，同时也在考虑该炼制哪种丹药。这场比赛里有两位实力高强的炼丹圣手，一般的丹药肯定胜出不了，想要赢，只能炼制出地仙级别的丹药，如此才能拿到冠军。 筑基丹勉强算是地仙级别的丹药，不过级别还不够。凝结丹算是地仙上品级丹药，但是这里的药材可能会有所欠缺。张恒一边查看着木框里的药材，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该炼制何种丹药。当张恒看到千年玄子草后，忽然眼前一亮，居然有千年玄子草，正适合炼制其中一种地仙上品级丹药。想到这里，张恒便抓取了一把千年玄子草，接着又去找其他的炼制药材。丹药的品阶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高级、顶级、天品、地仙。 天仙金元丹属于顶级丹药，但它的药效一般只针对普通人，对修炼者基本没用。而天品丹药则是针对修炼者了，像洗髓伐骨丹、聚气丹等等，只针对级别比较低的修炼者。而地仙级别的丹药就比较厉害了，像筑基丹就属于地仙下品的丹药，凝结丹则属于地仙上品的丹药了。能炼制出地仙级别的丹药，在整个华夏不超过一个手术。至于天仙级别的丹药，那就更无人能炼制了，甚至整个地球能炼制出天仙级别的丹药，可能也是屈指可数。 而张衡之后要炼制的结阴丹，便是传说中的天仙下品的丹药，所以所需材料特别罕见和稀有。半个小时后，张衡将炼制地仙上品的丹药全部搜集齐全了，然后开始闷头炼丹。这次他没有用掌心火来炼丹，而是选择用丹药大赛准备的炼丹炉。在他默默炼制丹药的时候，比赛场内两位炼丹圣手也搜集齐全了炼丹药材。周兄，我要开始炼丹了。”左宏伟颇,颇为自信的说道。“左兄，我也要开始了。”周清源也笑着说道。 两人是这场炼丹比赛中仅有的两位圣手级别的炼丹师，所以在他们眼里，彼此才是最大的对手。至于其他选手，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事实，也是他们的自信。包括看台上的那些豪门大佬，目光也都聚焦在两位炼丹圣手的身上。周圣手和左圣手同时开始炼丹了，真是期待啊！是啊，今年不知道谁会拿到冠军。我听说这次左圣手准备了天品级别的丹药，我也有听说。不过周圣手也准备了天品级别的丹药，真是让人期待啊！ 能亲眼目睹天品级别丹药的诞生，真的是荣幸啊！现场围观的豪门大佬目光都落在了两位圣手身上，都不想错过天品丹药的诞生。丹药界的人士都知道，天品丹药极为难得，整个华夏能炼制天品丹药的炼丹师不出五人，有可见这想要炼制出这天品丹药有多么的难。而南宫轩月和燕鹰目光则是自始至终的放在张恒身上，他们也很期待张恒到底会炼制出一颗怎样的品阶丹药来。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推移着。 比赛场地内的一百二十参赛选手正在抓紧时间炼制丹药，张恒也在不紧不慢地炼制丹药。四个小时后，比赛场内有人第一个炼制出了丹药。打开炼丹炉的时候，一股药香味浓郁扑鼻。从炼丹炉里拿出丹药后，第一时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评判丹药的级别。七十八号选手炼制出了辟邪丹，评定为高级丹药一枚。主持人将这个结果第一时间通过话筒做出了宣布。很快又有第二位、第三位参赛选手炼制完了丹药，工作人员鉴定完毕后。 由主持人通过话筒向现场公布，九十九号参赛选手炼制出了身轻体健丹，评定为高级丹药；八十一号参赛选手炼制出了定神丹，评定为顶级丹药。此结果一出，围观的观众稍稍一阵骚动。本场炼丹比赛终于出了第一颗顶级品质的丹药，而八十一号选手看到这里也是微微一阵得意。接下来开始陆陆续续的有炼丹选手炼制完丹药，主持人都一一做出了公布。因为现场来了很多豪门大佬，他们若是看中了参赛选手炼制的丹药，便可以通过工作人员。 直接将其买下。越往后炼制出的丹药品阶也越高。五个小时后，赛场上大部分炼丹师都炼制完成了自己的丹药。五个半小时后，现场只剩下了不到五位炼丹师还没有完成炼丹，其中就包括左宏伟、周清源还有张衡。五小时五十分钟，场上只剩下了他们三位。而这个时候，左宏伟的丹药炉一阵晃动，周围的灵气也出现了一阵波动。左宏伟看到这里，脸上闪过一抹喜色，洗髓伐骨丹终于炼成了！左宏伟激动不已，旋即打开了丹炉。 顿时药味混合着灵气四处扩散，而左宏伟炼丹炉一开，四周的观众看得无不震惊。天啊，左圣手难道真的炼制出了天品丹药？现场观众都震惊不已。不过没有工作人员公布，他们都无法确定这丹药到底是什么品阶。工作人员看到如此浓郁的灵气一散，心里也是激动不已。旋即第一时间将左圣手的这颗洗髓法骨丹拿在了手上进行了鉴定。几分钟后，他们便确定这真的是一颗天品级丹药。主持人第一时间通过话筒向现场之人激动的公布道。 恭喜左圣手炼制出洗髓伐骨丹，鉴定结果为天品中级的丹药。这结果一出，现场所有大佬都轰动了。洗髓伐骨丹，这可是能让普通人直接脱胎换骨的丹药。这些大佬都疯了，看向左圣手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热了起来。而就在此时，周清元的丹炉也开动了，浓郁的灵气同样四散开。看到这里，围观的豪门大佬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左宏伟看到这里，也微微有些惊讶，而周清元眼神里却带着一抹自信。左兄。 我这颗丹药的级别也是天品级丹药，可能比你的还要高级一点。周清源说话的时候，炼丹炉瞬间大开，一股比之前还浓郁的灵气突然窜出。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这里，再次一阵震惊。天啊，难道又出了一颗天品级丹药？炼气丹，能让炼气之人瞬间达到炼气九重。周清源很是自信的说道：“什么能让炼气之人瞬间达到炼气九重？”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震惊了，就连左宏伟也为之一惊。这要是真的话。 炼气丹的级别的确要高出他的洗髓伐骨丹一点点。工作人员怀揣着激动的心情走过去，将那颗炼气丹拿在了手里，仔细鉴定了起来。现场的观众都一时间将目光都聚集在了那颗丹药上。几分钟后，工作人员终于做出了鉴定：炼气丹，天品高级丹药。当这个结果由主持人公布出来的时候，全场都再一次震惊了。天品高级丹药，这可能是丹药协会里目前最高级的丹药了。我的天啊，周圣手居然炼制出了天品高级的丹药，这可是江南六省中目前最高级别的丹药了。 现场豪门大佬无不震惊，就连左宏伟也看得惊呆了。左圣手，承让了，这次的冠军我拿下了。周清元笑着说道。左宏伟看到这里也输得心服口服，还是周圣手棋高一招，我左某输得心服口服。左圣手认输了。现场的豪门大佬也觉得是周圣手胜出，只有南宫轩月和晏婴看得有些着急，因为张恒还在炼制，再过几分钟可就要超时了。主持人宣布结果吧。周清元笑着对主持人说道。好。主持人看了看时间，还差一分钟。 不过周清元既然炼制出了天品高级的丹药，那这冠军已无悬念。随即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道：“下面我宣布本届炼丹大赛的冠军是……”主持人还未说完，突然比赛场地内六十八号位置突然爆发出一阵轰鸣声，旋即一股比周清元还要浓郁的灵气从炼丹炉里爆炸了开来。炼丹炉一开，天地异象为之一变，周围无数飞鸟突然朝这里飞了过来。这这是什么情况？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不过很快。 他们的目光都落在了张衡的炼丹炉上。当看到白色浓郁、犹如实质的灵气从炼丹炉里冒出，现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就连左宏伟和周清源两位炼丹圣手也看得目瞪口呆。丹炉开，伴随天地异象，灵气化为实质，百鸟聚集。这，这是地仙级别的丹药！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第四百一十六章再次震惊世人的张大师。第四百一十六章再次震惊世人的张大师。现场所有人看到这里，无不震惊失色。地仙级别的丹药。 那是放眼全球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然而，在这小小的江南六省丹药比赛里，居然出了一颗地仙级别的丹药。这炼丹师得有多牛逼，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炼制出地仙级的丹药？一时间，观众席上的豪门大佬无不将目光聚焦在了张恒身上。这小子炼制出了地仙级的丹药，真的假的？不会吧，这么年轻就能炼制出地仙级丹药？能炼制出地仙级别的丹药，那这炼丹水准已经在圣手之上了，可能达到了炼丹天师的级别了。炼丹天师，放眼全球。 恐怕这种级别的炼丹大师也是屈指可数。一时间，所有人都热议了起来。实在是张衡搞出的这一幕太过惊世骇俗了，就连燕英和南宫轩月看到这里也是震惊不已。张衡真的炼出了地仙级别的丹药，那他的炼丹实力得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南宫轩月眼眸里全是不敢置信的神色。他已经把张衡想象的很厉害了，但似乎真实的张衡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这小子太可怕了！原本我已经高估他了，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他了。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燕婴看张恒的眼神也完全变了。以他的实力，居然要仰望张恒了。虽然众人都很震惊张恒炼丹闹出的动静，但丹药协会的工作人员还没有鉴定，所以他们还是不确定张恒是否真的炼制出了地仙级别的丹药。先等工作人员鉴定完丹药再说。现场在座的那些豪门大佬暂时都按耐住了性子，毕竟地仙级别的丹药实在是太罕见了。周清源和左宏伟两位炼丹圣手，此时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不用说负责鉴定的几位老炼丹师了。 六十八号选手，你炼制的是什么丹药？能否把它取出来，交给我们鉴定？其中一位鉴定师走出来问道：“我炼制的是筑气丹，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晋升到筑基修为。”张恒此言一出，众人再次震惊：从普通人直升筑基修为，这也太变态了吧！不光现场的几位鉴定人员惊呆了，就连周清源和左宏伟两位炼丹圣手也震惊了。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丹药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晋升到筑基修为的。要是真的，那这筑气丹也太牛逼了吧！要真是这样，那这颗筑气丹价值连城了。 周清元忽然也期待起了这颗筑气丹，左宏伟也是同一个想法。从普通人直接晋升到筑基修为，这的确称得上仙丹了。张恒淡淡扫了他们一眼，旋即将炼丹炉里的那颗筑气丹用灵力给凭空取了出来，然后将之交给了几位鉴定丹药的炼丹大师手里。“你们鉴定吧。”张恒淡淡的说道。几位炼丹大师看到手里的筑气丹，都忍不住仔细看了起来，就连周清元和左宏伟也忍不住凑了过去，都想看看这筑气丹长什么样。只见这筑气丹通体为黑灰色，拇指大小。 浑身充斥着浓郁的灵气，一看就知道此丹药非凡品。这筑气丹通体充斥着浓郁的灵气，的确不是一般的凡品。但是从没见过这种能让普通人晋升到筑基修为的丹药，若不试吃一下，根本不知道这筑气丹有没有效果。几位鉴定工作人员相互说道，他们都没见过这筑气丹，所以没法确定这丹药是否真如张恒所说的那般有效。说到这里，现场几人都望向了张恒。张大师，不知这颗筑气丹能否让人测试一下效果？ 如若真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晋升到筑基期，那就能证明是地仙级别的丹药。丹药鉴定员颇为郑重的请示张恒，毕竟这丹药是张恒炼制的，还如此珍贵，想要试药就必须请示一下张恒。没问题，你们试吧。张恒淡淡的回应道。筑基丹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无价之宝，可对于张恒来说，只要他愿意，随手就能炼制出一大堆。虽然得到了张恒的同意，但几位鉴定人员不敢随意试药，还特地电话请示了丹药协会的会长马国振。 马国镇听到丹药比赛里炼出了地仙级别的丹药，神情大振，特地从炼丹室里跑了出来，而且为了验证药效，他还带上了自己六岁的小孙女。十分钟后，马国镇带着六岁的小孙女快速的来到了张恒面前。会长，这就是张大师炼制的助气丹，不过我们不敢试药，实在是太珍贵了。那鉴定人员说着，将助气丹地很是郑重的递给了马国镇。马国镇仔细看了一遍这丹药后，心中也是激动不已，因为这丹药的灵气实在是太浓郁了。 是他见过这么多丹药以来最为浓郁的。这丹药就由我小孙女来试吧，她才六岁，全无修为，应该能试出这柱气丹的药效。马国镇脸色颇为激动地说道。他话音刚落，包括张衡在内的所有人将目光都聚焦在了马国镇旁边的那位小女孩身上。只见她长得粉雕玉琢，非常可爱，还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很是讨人喜欢。张大师，这柱气丹能给小孩吃吗？马国镇也不敢轻易将如此珍贵的柱气丹随便交给他的小孙女吃。没问题。 是吧？张恒淡淡的回应道。得到了张恒的再次确认，马国镇这才敢把价值连城的筑气丹给他的小孙女。那小孙女在吃了马国镇递过来的筑气丹后，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反应，而众人的目光却是一直聚集在小女孩身上。小小，你吃了丹药后什么感觉？马国镇忍不住低头询问自己的孙女。这个问题也是在场其他人员也想知道的答案。身体暖洋洋的，小小睁着一双大眼睛说道：“还有呢？还有其他感觉吗？”马国镇忍不住追问道：“嗯，身体里好像还有骨气在窜来窜去。” 现在好像到了我的手掌心，小小说着，伸出了他那幼小的手掌，然后一股白色的灵力直接从他手掌心里窜出。看到这里，在场众人再次一阵震惊。灵力外放，这是筑基修为的表现。马国镇很是震惊的解说道。几位工作人员、两位炼丹圣手以及现场观看的无数豪门大佬都见证了这筑气丹的神奇效果。这筑气丹真的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晋升到筑基修为，真的太神奇了，堪称仙丹啊！马国镇一脸的不可思议，旋即从主持人手里拿过了话筒。 对着现场所有人大声宣布道：“我以丹药协会会长的身份宣布，这株气丹鉴定为地仙级别的丹药。本届炼丹大赛的最后冠军是张恒张大师，同时他将是我们江南丹药协会的副会长。”此言一出，全场轰动。第四百一十七章，人人敬仰。第四百一十七章，人人敬仰。马国镇的话轰动了全场，观众席上的那些大佬都震惊地站了起来。地仙级别的丹药，那可是只有炼丹天师才能炼制的仙丹，而张恒这么一个年轻人，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炼制成功了。 这实在是叫他们不敢相信，一时间那些豪门大佬都纷纷激动的热议了起来。天哪，这六十八号的张恒居然真的炼制出了地仙级别的仙丹，那岂不是说张大师的炼丹实力已经到了炼丹天师的地步？应该没错了。你没听说会长马国振都亲自宣布让张大师当丹药协会的副会长了吗？没有点实力，这副会长能当？我的天啊，这张大师也太牛逼了吧！而且看起来才二十多岁的样子，所有大佬都震惊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比赛前，他们完全看不出张衡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连晏婴和南宫轩月也是看得震惊不已。他们本来已经高看一眼张衡了，但结果却还是低估了张衡的实力。张衡这小友，当真让我越来越看不透了。此子，他日定能成就无上至尊。晏婴暗暗有些庆幸，当日有徒弟南宫轩月出面阻止他，不然此刻他怕是早已死的不能再死了。既然他炼丹如此厉害，说不定还能帮我突破。想到这里，晏婴更加觉得要抱紧张衡这条大腿了。至于南宫轩月，此时看向张衡的时候。 眼里已经全是崇拜了。张恒也太厉害了，他才比我大几岁。南宫宣月第一次如此崇拜一个人，想他也是出身名门，而且天赋也非常卓越。另外，他长得也非常漂亮，如仙女下凡一般。追求他的男人不计其数，不乏一些修炼天才、名门公子，然而都入不了他的眼。而如今，张恒却是真正让南宫宣月产生了崇拜之情，甚至暗生爱慕之意。张恒也很意外马国振会授予他丹药协会副会长的头衔，不过这样也好。 他本来就想借丹药协会的采药渠道来方便自己搜集炼丹材料。对了，马会长，我既然是冠军了，那你们的冠军奖励是不是该给我了？张恒最惦记的还是这个。张恒之所以参加这次的炼丹大赛，为的就是冠军奖励中有三样是他需要的绝品药材。冠军的奖励在丹药协会的大殿，张大师还请跟我来，我给您亲自颁发。马国镇很是恭敬的说道。在马国镇眼里，张恒的炼丹实力已经达到了炼丹天师的程度，这种世界顶尖人才。 他一定要想办法将他拉拢，留在丹药协会里，这才擅自做主授予了张恒副会长的位置。炼丹天师，那可是放眼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马国镇怎能不巴结呢？好，那就去大殿吧。张恒说话的同时，跟着马国镇去了江南丹药协会的大殿。江南丹药协会的大殿建造的很是恢宏大气，江南丹药协会六个烫金大字悬挂在大门的正上方。进入大殿后，已经有不少江南丹药协会的长老等在那里了。刚才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张恒炼制出地仙级别的丹药。 所以，眼下对张恒的到来都非常恭敬。张大师，还请上座。马国镇直接将首座让给了张恒，其他长老也觉得将首座让给张恒这种炼丹天师是应该的。不过张恒却拒绝了，还是马会长坐首位吧，我就随便找个位置坐就可以了。张恒可不想太高调，喧宾夺主可不好。那好吧，就坐我旁边吧。马国镇见张恒不想坐首位，便让人搬了一把椅子在他旁边，这样也向众位长老宣布着张恒在江南丹药协会的权力和他等同。张恒见马国镇如此执着。 他也只能同意坐他旁边了。来人，将本次冠军所获得的奖品都拿上来！马国镇大声喊了一句，随即便有工作人员去拿此次冠军的奖品了。而张恒看到这里，眼里满是期待。他参加这次的炼丹大赛，为的就是这冠军奖励，眼下终于能拿到了。很快，冠军的十件奖品被一一呈现了上来，是十种世所罕见的绝品药材，每一样都价值连城。张恒看到这里，也微微一阵惊讶：天山火莲、百子香花、九幽寒草、玲珑玉,玉子、万年雪莲。 落星石、天殇水、穿山虫、极海冰片、参王晶，这里每一种都算得上是世所罕见的绝世药材，拿去外面拍卖绝对是价值连城。而如今张恒却是一下子拿到了这十种绝品药材，而且其中三种的确是他需要的绝品药材。张大师，冠军奖励的十种药材都在这里了。马国镇颇为恭敬地说道：“多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张恒说着，将这十种药材都收了起来。有了这三种绝品药材，那张恒炼制结阴丹就还差最后六种了。 旋即又想到了什么，转头对马国镇说道：“对了，马会长，你们江南丹药协会是不是有无数稀有药材？”张衡想从江南丹药协会手里找找这剩下的六种绝品药材。虽然燕英之前已经帮他查过一次了，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不瞒张大师，我们江南丹药协会是江南六省药材最全的组织，和全世界各地都有建立药材供应渠道，有名无名的药材总计有一千多种。马国镇如实的回应道，眼里有着一丝自信的神色。既然你们江南丹药协会药材库这么全面， 那帮我搜集几种绝品药材吧，价钱好商量。”张恒淡淡的说道，“没问题，能为张大师效劳，那是我们江南丹药协会的荣幸，怎么能收张大师钱？何况我孙女小小吃了张大师一颗地仙级别的筑气丹，我正愁没机会感谢张大师。”马国振立马恭敬的说道，“马振国也是真心想帮张大师，好留住张恒这种世界顶尖炼丹人才。另外，他孙女小小吃了张恒一颗地仙级别的筑气丹，他也想着报答张恒。既然这样，那我就把我想要的绝品药材写在纸上，你们帮我看看。” 能不能找到？张恒说着，叫人拿来了一张白纸和一支笔，然后在上面开始写了起来。现在张恒只剩下六种绝品药材，分别是落银草、深海银木、百足金钱蜈蚣、石亚木、火山星辉、千年寒虫。这里的每一种都价值连城，还非常难以搜集到。张恒写完这六种药材后，将纸递给了马国振。马会长，这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搜寻的六种绝品药材。张恒淡淡的说道。马国振接过这张清单后，认真的看了起来。 只扫了几眼，便眉头大皱，因为他发现这上面的六种药材都非常的罕见。马国镇看完后，又将这张清单递给了大殿上的其他长老，让他们轮流看看，或许能帮到张恒。张大师，这上面的六种药材都算是目前世界上的绝品药材，非常罕见。目前我们丹药协会的药材库里没有这六种药材。马国镇顿了顿后，又继续说道：“不过，我们丹药协会和世界各地的药材提供商都有合作，让他们帮忙寻找，想来不是难事。”张恒点了点头。 有江南丹药协会帮忙搜寻，那的确要比他一个人自己去寻找有效率的多。在张衡和马国镇说话的时候，其中一位长老在看到那张清单后，突然出声道：“张大师，马会长，这张清单上的深海银母，我知道哪里有。”张衡听到这里，赶紧将头转了过来：“这位长老，你知道这深海银母在哪里？”张衡一脸期待的问道：“对，这深海银母，据我所知是在江南船王苏汉那里。他集团里的船要经常出海，所以深海银母这种东西只有他有。我曾经见到过。”简安平、简长老说道。 张衡一听对方是江南船王，立马就明白了。既然是船王那，那肯定经常有船只出海，而深海银母这种东西只有在深海才会出现，所以整个江南可能也只有船王苏汉会有了。太好了，这位长老能带我过去找船王苏汉吗？张衡迫不及待地说道。可是可以，不过他最近病得不轻，请了不少名医都没法治好他的病。最近他又请了一位高僧做法施恩治病。谢绝剑客，你可能去了也是白去。简安平皱了皱眉头后说道：“没事，只要去了。”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见我。张恒嘴角一扬道：“第四百一十八章有妖邪作祟。第章”第四百一十八章有妖邪作祟。既然有了深海银母的消息，那张恒自然不会错过。第二天一早，在简安平的带领下，张恒开车朝着船王苏汉的府邸而去。他现在很急，就想着赶紧将炼制结阴丹所需的药材全部集齐，这样就能早日到达神王境。赵顺死前提到的那个圣王，张恒之前派人查过了，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圣王的实力不光达到了神王境中期的境界。 势力还遍布世界各地，所以他必须尽快强大自己，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死。在简安平的带路下，车子很快就开到了一栋非常奢华的超大别墅面前。这别墅不光面积超大，还自带游泳池，甚至还有私人花园。船王不愧是船王，住的地方都这么奢华。张恒从车子里下来后，瞧了一眼如花园一般的超大别墅，微微有些感慨。不过这一看，张恒却也瞧出了异样，好强大的妖气，整个别墅都充满了妖气，怪不得苏汉的病一直医不好。 看来真的是妖邪作怪，张衡暗暗皱了皱眉头，同时也明白了苏汉为什么要找高僧来做法了。看来苏汉也意识到自己的病症是被妖邪侵袭所致，这才想到找高僧做法来将附身在自己身上的妖邪驱除。张大师，最近苏汉府邸有高僧在做法不恩，谢绝外客。简安平跟着张恒从车子里出来后，便再次提醒他道。张恒并没有回应他，而是运起灵力，凝神听去，果然有佛语从别墅里传出来。显然这高僧正用法力和妖邪在斗争。 不过这高僧的法力好像不如妖邪，要不了多久，这高僧便会反被妖邪击败。想到张恒，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没事，我们在这里等着就好。要不了多久，这高僧会自己逃出来的。”高僧自己逃出来？简安平皱了皱眉头，一脸疑惑地追问道：“张大师，这高僧可是龙觉寺的方丈慧远，他的实力已到达尊神境初期，即使有妖邪作祟，也是手到擒来。他怎么可能会自己逃出来呢？”显然，简安平不相信慧远方丈会失手。 简长老，你等着看吧，我猜要不了一个小时，这位慧远方丈就会坚持不住了。张恒听到慧远方丈的佛语越来越弱，更确定了心中的想法。简安平却是依然不信张恒的说法，在他想来，这慧远方丈即使放眼整个江南六省，也足以称得上高僧，以前除妖驱邪几乎从未失手过，怎么可能这一次会失手逃跑呢？而张恒虽然炼丹实力高强，但论起除妖驱邪，那肯定是慧远方丈厉害。简安平就是这样想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慧远方丈的佛语也越来越弱。 当然，简安平是听不到的。一声直达灵魂的吆吼声陡然从别墅中心传了出来，紧接着慧远方丈的佛语戛然而止。然后慧远方丈发疯了一般的从别墅里面跑了出来。好大一只妖！大家快去外面！慧远方丈披着袈裟，拿着佛尘，从别墅里面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话音刚落，别墅里的许多仆人和苏家人也都跟着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他们的脸上同样带着惊恐和不安。简安平看到这里，心里震惊莫名。这这什么情况？怎么都跑出来了？ 连慧远方丈都被吓得跑出来了。简安平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的震惊。简长老，你现在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张恒嘴角微微一扬，旋即整了整衣服，准备往别墅里面走去。简安平在震惊之余，也彻底相信了张恒的话。看来这张大师不光炼丹实力强悍，在除妖驱邪方面似乎也挺厉害。不过眼下所有人都跑了出来，就证明别墅里面有大妖。此时要是再进去，那岂不是去送死？张大师，连慧远方丈都跑出来了。 我们还要进去吗？简安平很是紧张的说道，毕竟里面可是有大妖，当然要进去，不然怎么给苏汉治病？你若是怕了的话，就在外面等我好了。张恒说着，抬脚往别墅里走去。简安平犹豫了下后，咬了咬牙，也跟了上去。在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到了从别墅里面落荒而逃出来的苏家人和仆人。苏少，里面怎么样了？你父亲现在什么情况？简安平拉住了一个年轻帅气的公子，急切的出声问道：“简大师，你怎么来了？我父亲被妖邪附身，慧远方丈念了三天三夜的佛经。” 终于将那妖邪逼了出来，然而镇压不住他，里面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那大妖太吓人了。苏少说着，脸色异常苍白的往外逃去，其他人也都吓得慌忙逃跑。简安平看到这里，脸色也是微微一白，吓得走不动路。简长老，你就留在外面吧，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张恒看到简安平被吓得双腿发软，摇了摇头说道。简安平听到这里，暗暗松了口气。他虽然有修炼，但修炼了六七十年，也就筑基二重的境界，连慧远方丈都对付不了那大妖。 他要是再硬着头皮进去，怕是会死在里面。张恒倒是不怕，随即抬脚往里走去。不过才没走两步，有个声音在他背后叫住了他：“这位公子，别墅里面有大妖，你进去会死的。”说话的这位正是慧远方丈。他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好逃出来的这些人。顿了顿后，他又继续对张恒劝说道：“我现在做法要封住这栋别墅，让大妖跑不出来。你现在要是进去，到时候就是想跑都跑不出来了。”听到这里，其他人也都看到了逆向走去别墅的张恒，眼里。 都闪过一丝惊讶。别墅里有杀人不见血的大妖，这家伙还去送死，当真是嫌命太长了。不过他们也懒得去理张恒，而是自顾自的逃命。没事，我去捉妖。张恒嘴角淡淡一扬，旋即迈,迈步继续往里走去。而慧远方丈看到这里，无语的摇了摇头。既然你自己要去送死，那就别怪我封住这栋别墅了。慧远也是言之已尽了。说着，他开始布置起封印阵法所需的道具，试图要把那大妖彻底封印在这别墅里。在慧远方丈布置阵法的时候，张恒已经进入到了别墅里。 这别墅装修的很是奢华，各种现代化的家具和顶级装饰。不过此时却是异常的凌乱，还有三具尸体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不过诡异的是，这三具尸体好像被吸干了血，成了干尸，看起来很是恐怖。果然妖气很重，看来的确是个大妖。张恒刚想到这里，便有一团白色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袭向了张恒，同时一个幽灵般的声音传入到了张恒的耳朵里：“居然还有个不怕死的回来，那我就不客气了。”第四百一十九章，既然你找死，那就让你飞灰烟灭吧。 第四百一十九章，既然你找死，那就让你飞灰湮灭吧。要是换做一般人，听到这幽灵般的声音，早就被吓死了。然而张恒却是心情平静的很。这幽灵般的声音刚落下，那白色的身影便如鬼魅一般，径直朝张恒袭了过来。区区一个魂妖，还不够我看的。张恒嘴角一扬，握紧成拳，一拳头朝那白色的身影轰了过去。一拳祭出，炽烈的拳风化作一条火龙，以极快的速度轰向那团白色身影。那魂妖看到张恒出手这么快，拳风还这么犀利。 心中大惊，急忙之下一个闪身，这才堪堪避过了这一拳。烈焰火龙，你是谁？敢来坏我北山老祖的好事？那白色魂妖悬浮在空中，对着张恒很是不满地说道。张恒将目光看了过去，这才看清楚这魂妖是个白色的人影。这魂妖长得很是妖媚，身材修长，披头散发，看不出是男是女。而且从他幽灵般的声音中也分辨不出这魂妖是男是女，暂且算他是人妖吧。我不想坏你的好事，不过床上躺着的这名男子苏汉。 我要带走张恒，说着用手指了指躺在金丝楠木上的苏汉，想要深海银母，只能救醒苏汉。而这苏汉此时正虚弱的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双目紧紧闭着，气若游丝，显然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若再不救治，这苏汉可能活不过今天。这苏汉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七幽之体，怎么可能会让你带走？北山老祖目光坚定的说道：“所谓的七幽之体，一般精神力要比一般人强，这种人学什么都会非常快，甚至能过目不忘。” 而且悟性极佳，要是修炼功法，那修为的长进绝对是一日千里。这也是苏汉能成为江南船王的一大原因。可惜他没有修炼功法，不然今日也不会被这区区一个尊神境中期的魂妖给控制，任凭他摆布。原来你是想借助他的悟性来修炼自己的功法？张恒忽然看明白了，骑游肢体的人悟性很强，修炼功法那绝对是要比别人快上十几倍，绝对属于天赋异禀的存在。没想到居然被你看出来了，你这小子倒是要比之前那个秃驴强上一些。北山老祖微微高看了一眼张恒。 旋即画风一转，道：“不过，你看出来了又能怎样？今天过后，苏汉的本体灵魂就会死去，而他的肉体将彻底由我掌控。你是阻挡不了我的，是吗？我劝你别太自信，到时候被我打得灰飞烟灭就不好了。”张恒嘴角淡淡一扬。北山老祖见张恒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顿时有些气急败坏，随即身上散发出幽白色的光芒，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狰狞了起来。“臭小子，我北山老祖也是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幽魂，有多少自视高强的修炼者被我吸干死？” 别以为你会烈焰拳，我就怕了你！北山老祖说着，发出一道凄厉的尖笑声，然后整个人挥舞着手爪，再次扑向张恒。在扑向张恒的同时，他的那两只手爪迅速的朝张恒挥出，顿时两道阴气化作的利刃朝张恒袭来。这是阴刃，用肉眼根本看不见。要是一般人，早就被这两道阴刃给杀死了。而张恒却是用灵力死死的锁定住了这两道阴刃。在快到他身前的时候，张恒握紧成拳，再次用烈焰拳轰了过去。对付幽灵之物，用至阳之气来对付他。 是非常克制他的。果然，两道阴刃在碰到这烈焰拳境后，几乎是瞬间就烟消云散。而烈焰拳境继续袭向了北山老祖。不过，这北山老祖似乎早有准备，一个闪身，直接躲过了这烈焰拳境。下一秒钟，直接出现在了张衡的背后。去死吧！北山老祖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把银白色的匕首，泛着幽森的寒光，很是瘆人。北山老祖对着张衡的后背一匕首捅了下去。然而，就在他快要捅到张衡的时候，一只手陡然出现，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手。 让北山老祖寸进不得，就凭你这点能耐也想杀我？张恒转过身来后，嘴角微微一扬，同时用手死死的抓着北山老祖的手，让他动弹不得。你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北山老祖有点惊骇，要知道他可是尊神境中期的修为，虽然是幽魂体质，但力量却是足以能轰平一座山头的。而如此巨大的力量，却在张恒面前寸进不得。你这把匕首还不错，居然是幽灵材质打造的，不过你想要杀我还差了一点。张恒微微用力一捏。 将北山老祖的手腕抓得一痛，后者痛得一松手，张恒顺势将北山老祖手里的幽灵匕首给夺了过来，然后抓在手里把玩了一番。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实力这么强？是哪个门派的？短短一番较量，北山老祖就确定张恒的实力要在他之上，不由心中有了惊惧和权衡，所以想搞清楚眼前这人是哪个门派的。要是这小子背景太深厚，他也只能就此放弃。不过要是对方无门无派，那么北山老祖还想再拼命一番。 因为他还不想就这么轻易的放弃苏汉，毕竟这苏汉可是七幽之体，对他来说非常有用。我叫张恒，无门无派。张恒淡淡的回应道：“无门无派，那就不好意思了。”北山老祖听到张恒无门无派，犹豫的心又再次坚定了。本来他还以为张恒这么年轻，实力这么强，背后肯定有深厚的门派罩着。要是真这样，北山老祖不会犹豫，肯定会选择逃跑。他一个幽魂，惹不起修炼大派。可当他听到张恒无门无派后，便决定再拼命一搏，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话音刚落，北山老祖忽然再次消失在了张恒眼前，然后整个别墅内无端的出现了很多灰蒙蒙的雾气。张恒看到这么多灰色雾气出现，皱了皱眉头：“这是失误。”张恒好似看出了什么：“臭小子，没想到你还挺有见识的。不错，这正是失误。凡是被失误包裹，你会立马被腐蚀成一具白骨。”北山老祖藏身在失误里，得意的大声说道：“你以为失误会对我有用？”张恒随手掐了一个法诀，顿时身上亮起了一道金色的光芒，这是佛光。有佛光护身，这些失误。 就进不了张衡的身体了。而躲藏在失物中的北山老祖看到张衡居然还会佛法，心中没来由的又是一惊。你居然还会佛法，真是太让我意外了。不过这失物仅仅只是我的辅助手段而已，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话音刚落，从周围的失物中飞出无数阴刃，无论是速度还是威力都要比之前厉害数倍。哈哈，死吧！这失物对我的实力有大大的提升，在这失物中你赢不了我。北山老祖大笑道：“你想的太天真了。”张衡再次掐了一个法诀。 顿时，周围出现一个灵气化成的金色铜钟，将他护在了里面。而那些阴刃射在金色铜钟上，根本破开不了防御。什么？这是金钟罩吗？北山老祖活了三百多年，也算是见多识广。这可是当年金刚门的绝学，据说都已经失传了，怎么会出现在张恒身上？正是金钟罩。张恒听声辨位，用灵力锁定了北山老祖的位置，然后手里的幽魂匕首瞬间射出。下一秒钟，灰色的失误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声，显然幽魂匕首射中了北山老祖。 然后他整个人从空中掉了下来。北山老祖受伤后，周围的失物也渐渐散去，很快露出了他的真容。只见北山老祖瘫倒在地上，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在心口处插着一柄幽魂匕首，白色的血液从伤口止不住的流出来。大师，我错了，这苏汉我让给你，求你放我一马。北山老祖怕了，这张衡的实力太强了，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念你修炼不易，我也不杀你，但是这苏汉我要定了。张衡说着，往金丝楠木床走去，想看看苏汉的病情怎么样了。 多谢大师的不杀之恩。北山老祖说着，一边磕头，一边却是悄悄起身，然后见张衡将注意力放在了苏汉身上，然后从身上偷偷掏出了一枚细长的银针，这是定魂针，一旦被定住，即使实力再强，身子也会动弹不得，到时候就任人宰杀了。说到底，这北山老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认输，所以他想最后一搏。实在是苏汉的七幽之体太过诱人了，只要占据了苏汉的肉体，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瓶颈，也就有了再次快速攀登实力巅峰的基础。 然而，在他射出定魂针的瞬间，张恒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原地。怎怎么消失了？北山老祖吓得脸色苍白，而定魂针也射了个空。几个呼吸间，张恒便出现在了北山老祖的面前，眼里充满了杀气。我给了你机会，但是你不珍惜，那我就没办法了。说着，张恒一拳轰向了北山老祖的胸口，灼热而巨大的火焰直接将北山老祖烧着了。啊啊！北山老祖痛苦地嚎叫着，最后被这熊熊烈火烧得飞灰烟灭。第四百二十章，混账！ 他是我们苏家的救命恩人。第四百二十章混账！他是我们苏家的救命恩人。北山老祖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的贪心上。张恒本来都没打算要他性命，然而他的贪婪最终逼得张恒出手杀了这北山老祖，将北山老祖烧得灰飞烟灭后，张恒第一时间又重回到了苏汉身边，用手探了探他的脉搏，确定还有救后，张恒暗暗松了口气。脉搏虽然微弱，但幸好还没死，只是被魂妖吸收了一点阳气，补回来就行了。张恒说着，从身上取出了一个布包，打开来后。 里面便是一排排的银针，张恒没有犹豫，赶紧施展了一套九宫海阳针，然后通过九根银针将灵气输入到了苏汉的体内。十分钟后，昏迷不醒的苏汉突然吐出了一口浊气，脸色也慢慢变得红润，显然身体的机能得到了恢复。紧接着，苏汉缓缓睁开了眼睛：“你，你是谁？”苏汉第一时间便看到了张恒的存在，忍不住出声询问道：“我叫张恒，是我救了你。附在你身上的魂妖已经被我驱除了，你现在没事了，休息几天就可以彻底恢复了。” 张恒说话的同时，开始收拢那些银针，然后包好又放回了自己的身上。苏汉也知道附在自己身上的魂妖之前一直浑浑噩噩的，而现在耳聪目明、神清气爽，显然是这魂妖真的被驱除了。旋即赶紧坐起来，对张恒感激道：“多谢张大师救命之恩。”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我听说你这有深海银母是吗？”张恒目光殷切的看向苏汉，他费了这么大力气救苏汉，为的就是那深海银母。深海银母。苏汉想了想后，点头道。 对，这深海银母我有，那是之前我的船队在深海捕捞的时候偶然间捞起来的。张大师是怎么知道？苏汉颇为疑惑的说道：“是江南丹药协会的简长老告诉我的。我这次之所以出手救你，也是因为你这深海银母。”张恒如实相告道：“原来是这样。既然张大师想要这深海银母，我马上给你取深海银母过来。”苏汉看到这里也不犹豫，既然人家救了自己，那他也不是不知报恩的人。说着便穿好了衣服，从床上匆匆走了下来，往保险箱走去。路过客厅的时候。 苏汉看到了躺在地上被吸干血而亡的三具尸体，顿时被吓得脸色微微一阵苍白。张大师果然是高人，连吸人血的妖魂都能除掉。苏汉见此，更加确定张恒不是凡人了，而是修炼高人，一时间对他更为崇敬了。很快，苏汉从保险箱里将一公斤重的深海银母给拿了出来，并第一时间将之递到了张恒面前。张大师，这就是深海银母。苏汉很是恭敬地说道。张恒看到那蓝色的深海银母，眼里闪烁出光芒。 这就是他想要的深海银母炼制结阴丹的必须材料。苏总，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深海银母对我炼丹很有用，我就收下了。张恒也不客气了，直接将这深海银母收下了。收下了这深海银母后，张恒便告辞一声，往门外走去。而此时，别墅外面，苏家的亲戚以及一众仆人都焦急的等在外面，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生怕那大妖从别墅里冲出来。好在慧远方丈已经布置好了封印阵法，不然他们这些人恐怕此时都早已跑远了。如来佛法印。 封印起，慧远方丈手拿佛尘，大喝了一声的同时，右手又捏了一个法诀，顿时一道金色的光幕冲天而起，转眼间便将整座别墅给罩在了里面。看到封印结成，慧远方丈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锁妖阵已经结成，这下子那大妖就是想逃也逃不出来了。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里，也都暗暗松了口气，有着佛门的封印法阵，他们的性命算是保住了。不过苏少却是走了过来，一脸担心的问道：“慧远方丈，我父亲还在里面，这可、个、怎么办？”这话也是其他苏家人想问的。 苏家这么大的一个集团，没有苏汉这个董事长来主持，那生意肯定要一落千丈。是啊，我们董事长还在里面。慧远方丈，你再想想办法，把这个大妖给驱除吧。很多苏家族人也围了上来，一脸的着急之色。慧远方丈也很为难，因为以他的佛法，根本打不过那大妖，他最多也只能勉强将这大妖困在这封印法阵里面。大家别急，我先把这大妖困住，等会我让徒弟把我们佛门的高级佛宝拿来，我就可以灭了他了。慧远方丈不断安慰着众人，可是心里他也没底。 简安平看到整个别墅被金色光幕罩住，心中也很着急。不过他着急的不是苏汉，而张恒。要知道，张恒可是炼丹天师，是江南丹药协会的副会长。他若是在这里出了事情，那简安平也必然逃脱不了责任。想到这里，简安平走向慧远方丈，颇为焦急的询问道：“慧远方丈，这封印法阵等会能打开吗？我们丹药协会的副会长还在里面。你们丹药协会的副会长，可是刚才不听劝的那个年轻人？”慧远方丈似乎想到了什么，回道：“对，他就是我们丹药协会的副会长。” 他不能在这里出事，能麻烦慧远方丈去里面支援他吗？简安平带着一丝求情的说道：“我已经提醒过他了，是他自己坚持要去里面送死的。还有，我这锁妖阵一旦打开，那大妖万一跑出来了怎么办？”慧远方丈表情严肃的说道：“他可冒不起这个风险。”在场的其他人听到这里也纷纷附和道：“对，刚才那年轻人是自己要进去送死的。慧远方丈都已经提醒过他，可千万别把锁妖阵给打开，不然那大妖跑出来，我们大家就都完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要求慧远方丈不要打开锁妖阵。 简安平叹了口气，心知是说服不了慧远方丈了，只能暗暗祈祷张恒不要被那大妖吃了。就在他们以为张恒被那大妖吃了的时候，张恒却一脸平静的从别墅里走了出来。众人看到张恒还好好的活着，都是一脸的震惊。那小子还活着，居然没有被大妖吸干人血，很多人都暗暗震惊不已。就连慧远方丈也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想来，那大妖可是非常的厉害，连佛门高僧慧远方丈都不是对手，那小子定然也不会是那大妖的对手。简安平看到这里。 却是激动不已，暗暗庆幸张大师还活着，这样他回去江南丹药协会也不用担责了。张恒在众人的注视下，径直来到了别墅的大门口，然后就发现这别墅外面设置了一道法阵结界，随即便想到这是慧远方丈所为了。慧远方丈，麻烦把封印结界打开下，我要出去。张恒目光看向慧远方丈说道。话音刚落，在场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慧远方丈，然后都暗暗示意不要打开结界，以免那大妖顺势跑出来。慧远方丈也觉得不可以打开结界。 万一张衡是被大妖附身了呢？而且越想越觉得是这样，连他自己都对付不了的大妖，张衡这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打得过张恒？张衡想到这里，慧远方丈便直接回绝道：“不好意思，这位公子，别墅里有大妖，为了防止他逃出来，我不能打开结界。”张衡听到这里一阵无语，不过也在情理之中。那大妖已经被我烧得灰飞烟灭了，不会再出现了。苏汉也被我救回来了，你们可以进去看他了。不过在这之前，赶紧把结界打开，不然我就要亲自动手了。”张衡淡淡的提醒道：“恕老衲没法顺从。” 你还是待在这结界里吧。慧远方丈不相信张衡能将那大妖烧得灰飞烟灭，更不相信张衡有实力将苏汉给救回来。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觉得张衡是在说谎，连慧远高僧都对付不了的大妖，就凭张衡这小子能打赢，这不是笑话吗？这人可能是被大妖附身了，一定是看到别墅被佛门结界罩住，他出不来，便假借这人的身份，想要诱骗慧远高僧打开结界，这样他才好逃出来。现场中很快就有人出声喊道：“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在他们想来，一定是这样的。”对。 一定是这样的，这大妖见别墅被锁妖阵封住，他出不来，便利用这年轻人的身份想要混出结界。慧远大师，请千万守好这结界，别让他出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将张恒定性为被大妖附身。张恒看到这里一阵无语，随即淡淡的说道：“既然你不打开结界，那我只能自己动手出来了。”慧远方丈看到这里，脸色一怔，想要打开我结界，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锁妖阵，乃是我们佛门大阵，凡是被我封印在里面的，一辈子都休想出来。 慧远方丈对自己的锁妖阵结界很是有信心，然而他话音刚落，张恒便随手朝天一指，一道犀利的灵力直冲云霄，瞬间将罩住别墅的金黄色佛门结界给冲破了。锁妖阵被张恒一指给破了。随着金黄色的光幕逐渐淡去，现场众人都再次看得一呆，而慧远方丈更是看得心中震惊不已。要知道，这锁妖阵可是他们佛门最强大的阵法了，能困住顶级大妖，然而在张恒手里，居然手指一戳就给破去了，这实力的多逆天才能办到？怎么可能？ 这小子一个手指头就破了我的锁妖阵，慧远方丈心中惊骇不已，一万个不相信。然而现实却是啪啪的打了他的脸，他精心设置的佛门大阵锁妖阵，居然被张恒给轻松破去了。佛门大阵也不过如此。张恒嘴角淡淡一扬，旋即抬脚迈步往外走去。现场众人看到张恒走了出来，都一个个的吓得往后倒退而去。不好了，大妖跑出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然后众人纷纷往后跑去。就连慧远方丈也想到了什么，拿出佛尘，对着张恒一脸的戒备之心。 很显然，他们依旧不相信张恒能杀死那大妖，而是把张恒继续当做了被大妖附身的傀儡。毕竟，他们可都是亲眼见过那大妖厉害的。看到他们如临大敌的模样，张恒摇了摇头，一副无语的表情。不过，就在此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别墅内转了出来：“混账，他是我苏汉的救命恩人，你们怎么能如此待他？”随着话音的落下，苏汉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众人看到苏汉活着走了出来，都是一脸的震惊。“爸，你没事了？”苏少第一个冲了过去，他不相信张恒。 但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父亲的。我没事了，是这位张大师除掉了那大妖，然后又治好了我的命。苏汉对着众人大声说道。慧远方丈看到苏汉红光满面，一点也不像之前有病的模样，也不禁相信了几分。随即走上前去，一把摸住了苏汉的手腕，把脉了一会后，终于确认苏汉没事了。苏董的确没事了。这话一出，便证实了张恒刚才说的话，那大妖真的被张恒给除掉了。旋即，一个个都对张恒的实力感到一丝不可思议和震惊。 就连慧远方丈也对张衡的实力佩服的五体投地。第四百二十一章岳父岳母的讨好。第四百二十一章岳父岳母的讨好。苏汉的出现，将一切对张衡的质疑都统统给打破了。张大师不光斩杀了那大妖，还救活了我的命，所以他就是我们苏家的救命恩人。谁敢再质疑和妄议张大师，我苏汉第一个对他不客气。苏汉一脸严肃的警告众人道。众人听到这里都不敢再对张衡质疑了，看向他的时候眼神都彻底变了。能杀死大妖并且救活苏汉，那实力。 其实他们能质疑的，何况刚才他们都亲眼看到张恒一指便破了佛门法阵锁妖阵，足可见张恒的实力绝非一般，而是到了通天彻地的地步。张大师，老衲刚才多有得罪，还望海涵。慧远方丈第一个站出来道歉，能一指破了他的锁妖阵，那实力绝对是在他之上，不用在意。既然苏董已经醒了，那我也就告辞了。张恒说着，对苏董抱了抱拳，然后迈步往外走去。这次张恒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那深海银母，眼下既然拿到了这炼丹材料，他也就没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张衡前脚刚离开，简安平后脚便快速跟了上来。经过这次事件，他对张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对张衡也越来越崇敬了。不但是能炼制出地仙级别丹药的炼丹天师，还能杀死大妖、治好苏汉，这实力简直堪比神仙了。张大师，没想到你能一指破了慧远高僧的锁妖阵，还斩杀了那大妖，当真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简安平的眼里闪烁着浓浓的崇敬之色。如此厉害的高人，简安平暗暗发誓要抱紧张衡这条大腿。简长老。 这次多谢你带我来这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容易就拿到深海银幕。张恒淡淡的感谢道：“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好感谢的。”简安平顿了顿后继续说道：“至于剩下的几样炼丹绝品材料，我会让丹药协会的人扩大范围搜寻的。我们江南丹药协会在世界各地都有药材供应渠道，想来找到张大师需要的那几种绝品药材，并不需要多久。那就劳烦简长老和江南丹药协会了。”张恒听到这里微微一喜，有了江南丹药协会的帮忙，找到剩下的几种绝品药材，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 和解安平分别后，张恒本想就此回去重阳山，但几天没见柳青城，忽然有点担心他被阴阳噬灵蛊再次吸取生命力。这阴阳噬灵蛊一日不除，张恒就一日放心不下柳青城。所以张恒中途改道去了柳青城住的老房子。车子停在熟悉的街道上后，张恒快步朝老房子走去。这老房子虽然有点破旧，但也是张恒和柳青城感情开始的起点。张恒刚走到门口，便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眼下是太阳下山吃晚饭的时间。 张恒感觉自己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能跟倾城一起吃个饭，好久没和他一起吃饭了。想到这里，张恒快步走了进去。柳倾城此时正在厨房专心的烧菜，所以没注意到屋里来人了。而且张恒故意把脚步声放得很低，这样柳倾城更发现不了了。张恒来到厨房后，发现柳倾城正好背对着自己在烧菜，看着那婀娜曼妙的背影，张恒嘴角微微一扬。柳倾城还是那么的漂亮勾人。倾城，要我帮你烧菜吗？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柳倾城一跳。 不过，当他看到出现在他背后的是张恒后，暗暗松了口气，旋即眼眸里闪过一丝喜色。张恒，你怎么来了？还不出声，想吓死我？柳青城嗔怪道：“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张恒说着，朝柳青城走了过去，然后不由分说，一把抓住了柳青城的小手。这可不是张恒想占柳青城的便宜，而是想感受下柳青城的手有没有变冷。因为阴阳师灵骨吸收宿主生命力的时候，宿主的本体会变冷，而柳青城却不知道张恒的用意。看到张恒一来就摸他的手，便有些羞急。 想着要把手缩回来，哪想到张恒抓得很紧，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张恒，你放开我的手，我还要烧菜呢。柳倾城俏脸有些微红的说道。自从和张恒发生关系后，柳倾城打心眼里更喜欢张恒了，所以看到他出现时，柳倾城的心就莫名的跳动了起来，如小鹿乱撞一般。烧菜这种粗活我来就行。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同时也感受了下柳倾城从手上传来的温度。让张恒担心的是，柳倾城的手果真有些微凉，可见。 阴阳噬灵骨又在缓慢的吞噬柳青城的生命力了，这让张恒很是担心柳青城的身体。还是我来烧菜吧，你去外面坐一会儿，马上就好。柳青城柔声说话的同时，手也放弃了挣扎，然后任凭张恒摸着他的手。张恒见柳青城不反抗了，又看了一眼柳青城那迷人的脸蛋，心思微微一动，还是先输给他一点灵力吧，虽然效果可能不如阴阳交合的好，但至少能拖延一会阴阳噬灵骨对柳青城生命力的吞噬。想到这里，张恒低头亲了下去。柳青城感受到嘴唇上那抹温润。 忽然身子一正呆在了原地。他万万没想到张恒现在胆子这么大，居然直接亲上来了。柳青城完全没有一点点防备，然后就这样被张恒拥吻在了怀里。不过张恒可不是简单的亲吻，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将灵力通过嘴唇传给了柳青城一些，至少能让他的身子温暖起来。柳青城刚开始还有点挣扎，但很快就沦陷了，因为他感觉张恒就像一个温暖的太阳，把他的身体和心都融化了，让他变得不可自拔。在他们在厨房搞事情的时候。 房子外面，柳国栋和王芬两夫妻正在快步赶来。这次他们过来是特地过来劝说柳倾城回去的。这倾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离家出走都这么多天还不回来，非得我们去请他。王芬自从住上云山别墅后，就很嫌弃这破旧的老家，一路上还唠唠叨,叨叨的。都这么多天过去了，他气也应该消了。等会见了倾城，说话别这么冲，先让他回别墅住。至于和张恒复婚的事情，暂且先不要提，以免又刺激到他。柳国栋提醒道：“知道了，我有分寸。”王芬点了点头。 他们之所以过来劝说柳青城回去，还是为了要让他跟张恒复婚。不过这次他们学聪明了，不再直来直去，而是学会迂回战术了，打算先把柳青城骗回云山别墅，然后再慢慢一点一点的说服他同意和张恒复婚。很快，柳国栋和王芬两人进来到了屋里，不过并没有在客厅发现人，而是闻到了一股饭菜的焦糊味，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王芬闻着味道往厨房走去，这一去恰好撞见了柳青城正跟一男子拥吻着。因为张恒背对着外面，所以王芬并没有看清楚。 这男子是张恒，看到自己女儿做出如此不要脸的事情，气得王芬顿时破口大骂：“好啊，我当你出来自己住是想独立，原来是在外面养着野男人，看我不打死你！”王芬说着，随手拿过了放在旁边的一把扫帚，朝着张恒的头打了过去。王芬之所以这么气愤，是因为他还想靠着自己的女儿柳青城飞黄腾达，要是他女儿被其他野男人搞坏了名声，那柳青城和张恒就复婚无望了。更重要的是，王芬自己想要借女儿飞黄腾达的美梦也要破碎了。 然而，就在王芬的扫把快要打到张恒头的时候，张恒忽然转过了脸来。王芬看到他嘴里所谓的“野男人”是张恒后，一下子愣住了，手上的扫把也停留在了半空中。张张少，你怎么在这里？王芬的心情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还想着劝说女儿跟张恒复婚呢，没想到他们在这偷偷约会上了。阿姨，我是来帮青城做菜的。张恒有些尴尬的回应道：“刚才和柳青城亲的有点投入，连周围的情况都没注意。”柳青城回过神来后。 看到自己的母亲突然出现在这里，顿时尴尬的羞红了脸。妈，你怎么来了？柳青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毕竟是女孩子，脸皮薄，被大人发现自己和张恒做这种事情，自然会有点不好意思。我王芬本来是想说这次过来是想劝他回去的，但看到眼前这种情况，他瞬间改变了主意。那什么，是妈打扰到你们了，你们继续。王芬说着，将扫把一扔，然后一个人就跑去了外面。王芬跑出去的时候，暗暗后悔，刚才怎么就莽撞的拿扫把呢？ 要是再晚出现一会，可能自己女儿柳倾城和张恒的事情就成了，到时候复婚就顺理成章了。看着王芬跑出去，柳倾城红着脸看了一眼张恒，旋即闻到了什么味道，突然脸色一变，糟了，菜糊了！柳倾城赶紧手忙脚乱的去收拾。张恒笑了笑，看着柳倾城那曼妙的身姿和迷人的脸蛋，真想再继续。不过虽然被打扰了，但刚才那一会，张恒也渡了不少灵力给柳倾城，至少让她的身子温暖了一些。王芬出来到客厅后。 立马把满屋子找人的柳国栋给叫了过来。国栋，张少来了！王芬激动地说道。现在在他眼里，那张恒可是香饽饽，是他最理想的金龟婿。张少？哪个张少？柳国栋不明所以地问道。张恒啊，他和倾城在厨房呢。王芬很是开心地比划着两人亲嘴的手势，可是柳国栋看不明白这手势。张少来了，你怎么能让他做菜呢？你也太糊涂了！他现在什么身份？柳国栋埋怨了一句王芬后，三步并作两步朝厨房走去。国栋，你现在进去不是时候。王芬一边说着，一边想在后面拉住柳国栋。 可他走得太快了，王芬一时没拉住。两人来到厨房的时候，张恒和柳青城早没有再亲昵了，而是在帮着柳青城洗菜。柳国栋看到张恒果然在这里，顿时心里激动不已：“张少，你在这里啊！你一来，真是让我们家蓬荜生辉。”柳国栋卖力的讨好着，旋即转头对着王芬叫道：“老婆，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做菜，让张少洗菜，像什么话？对对，是我糊涂了。张少，你先去外面坐一会，我很快就好。”王芬说着，一把夺过了张恒手里正在洗的菜。 张恒看了一眼他们执着的眼神，只能放弃了帮柳倾城洗菜的念头。好吧，那我去外面。”张恒淡淡的说道。出来到外面后，无聊的张恒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打发时间，而柳国栋却是亲手削了一个苹果给张恒。张少，这是我削的苹果，你尝一尝。”张恒看了一眼柳国栋那满脸讨好和谄媚的样子，暗暗摇了摇头，不过还是把削好的苹果给接了过来。张恒当上门女婿的四年里，也同样做过削苹果给柳国栋吃的行为。 当时还被柳国栋嫌弃，而四年后的今天，却换成了柳国栋削苹果来讨好他。那不堪回首的四年光景，让张恒有些恍如隔世。很快，菜就做好了。王芬为了讨好张恒，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还有汤。张少，菜做好了，快过来尝一尝，合不合口味？王芬满脸的讨好之色。张恒看着王芬卖力端菜的样子，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而且，柳国栋和王芬还让张恒做了主位，并且还让柳倾城靠着张恒坐下。张恒不动筷，其他人也没有动。 俨然把张恒当成了尊贵的主人，张少，快尝尝阿姨这汤怎么样？王芬满脸期待的说道。张恒虽然反感王芬，但还是拿起条羹试着喝了一口，旋即微微皱了皱眉。怎么样，张少还合你口味吗？王芬满脸期待的问道。有点咸。张恒如实的说道。这汤的确有点咸，可能是王芬不经常做菜的关系，咸了是吗？没事，阿姨重新给你去做。王芬说着，端起那碗汤，立马跑去了厨房重做。张恒看着王芬跑去厨房重做汤的模样，同样看到了当年自己那卑微的影子。 好在，他现在已经有了掌控一切的能力。吃饭的时候，王芬和柳国栋不断夹菜给张恒，热情的不得了。这顿吃了很久，直到外面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才吃完。张少，你看外面天色都这么黑了，要不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柳国栋满脸殷切的说道。王芬看到这里，也热情的邀请道：“张少，今晚就住下来吧。”倾城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栋房子，他也会害怕的。这两人打什么主意，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张恒想起柳倾城白天微冷的手，生怕他晚上病情发作。 旋即犹豫了，夏侯应道：“那好吧，今晚我就住这里了。”张衡本意是想就近照看柳倾城，防止阴阳噬灵蛊在他体内发作，这样晚上他也好救柳倾城。哪想到柳国栋和王芬却是另有计较。这老房子年久失修，楼下就我们那间房还能住，不过我和国栋还要住那里。张少，今晚要不你和倾城住一间，二楼那间隔音好，床结实。王芬大着胆子说道：“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王芬为了留住张衡，打算下血本了。而这话明显得到了柳国栋的默认。 柳倾城听到自己父母突然变得这么开放，让他暗暗啧舌。不好吧？我和倾城现在都已经离婚了。张恒也没想到，王芬和柳国栋为了留住他，居然会大胆。换作以前，张恒要是敢碰柳倾城一下，他们可能一个耳光就打过来了。没事，在阿姨眼里，你们就是夫妻。上去吧。王芬说着，推着柳倾城往楼上走去，而柳国栋则引着张恒去楼上，两人一前一后的将柳倾城和张恒忽悠进了卧房内。关上门后，柳国栋和王芬立即跑了下去。 生怕打扰他们，留下张恒和柳倾城两人尴尬的共处一室。过了一会，还是张恒尴尬的打破了沉默：“是你爸推我进来的，谁信？”柳倾城红着脸娇嗔道：“第四百二十二章，禁区在我面前不存在的。”第四百二十二章，禁区在我面前不存在的卧室内，张恒和柳倾城相对而视。夜深人静，又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柳倾城的俏脸微微有些绯红，心跳也有些加快，看着张恒那帅气的脸蛋，竟有些痴迷。张恒，今晚可能回不去了。 要不你就在这里将就一晚吧。柳倾城说话的时候，眼眸一直注视着张恒，心里竟有些小期待。只能这样了，你睡床，我睡地板上好了。张恒淡淡的说道。可是我这里只有一床被子，而且地板上也凉，要不要不一起睡床上吧？柳倾城说到后面，声如蚊蝇，而且脸红的像火烧云一般。他这也是心疼张恒，怕他睡地板上着凉感冒。张恒耳力惊人，自然听到了柳倾城的话，可却是假装没听到。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柳倾城听到这里。 俏脸更红了，但还是提高了声音，再次说了一遍：“我是说，要不我们一起睡吧？地板上很凉，你会感冒的。一起睡，那行吧？”张恒假装勉强的点了点头。柳青城见张恒答应了，心跳更快了。不过先说好，你不准碰我，我们各睡各的，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柳青城带着一点矜持的说道：“放心，我不会碰你的，只要你不占我便宜就行。”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张恒暂时还真没想碰柳倾城，刚才用嘴渡了一些灵力给他，应该稍微好一点了。” 我才不会占你便宜！柳倾城微微一阵娇嗔，顿了顿后，又对张恒说道：“对了，你转过身去，我要换睡衣。”张恒点了点头，旋即听话的转过了身去。哪知道他对面刚好有化妆台的镜子，将他背后柳倾城换衣服的情形看得一览无余。柳倾城还不知道张恒能从镜子里看到他换衣服，所以换睡衣没有遮掩，这样就更让张恒从镜子里将他上下看了个遍。等柳倾城换好粉色的睡衣后，这才注意到张恒的对面有个镜子，顿时羞红了脸。 他也不确定张恒有没有从镜子里偷看，只能又羞又急地钻进了被窝里，然后将头蒙住。你可以进来了，柳倾城躲在被窝里说道。张恒看到柳倾城那又羞又急的表情，嘴角微微一扬，旋即合衣躺了进去。虽然两人早已有过肌肤之亲了，但柳倾城的心此时还是莫名的紧张了起来。就在柳倾城僵硬着身子不敢动弹的时候，张恒伸出了一只手抓了过来。张恒，你干嘛？我都说了不准动我！柳倾城虽然这样说着，但是却没有要推开他的意思，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下。 然后便放弃了，任凭张恒抓着他的手。我只是抓着你的手睡觉，保证不会再动其他的了。张恒淡淡的说着，他之所以抓着柳倾城的手，只是想感受下她的体温而已。阴阳师灵骨反噬宿主生命力的时候，宿主的体温就会变冷。张恒这是担心柳倾城的身子，并不是真的想占他的便宜。好在之前张恒用嘴渡了一口灵力给他，柳倾城的身子现在稍稍温暖了一点，包括手也温暖了起来。只是柳倾城却并不这么想，他心里却紧张的在想张恒会不会有接下来更进一步的动作。 虽然紧张，但却有些期待，有种欲拒还迎的心态。然而等了很久，张恒也没有再下一步的动作，反而传来轻轻的打呼声，似乎真的没有要进一步动作的想法。柳倾城看到张恒睡着了，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但又有一些失落，真是木头。柳倾城对着张恒轻轻幽怨了一句，旋即他也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当柔和的光线透过窗户落在粉色的床上后，张恒先一步醒了过来，还未睁开眼，便感觉自己身上很重。 睁开眼后，才看到柳青城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个人趴在了他身上，双手双脚还如八爪鱼一般的抱着张恒，让他动弹不得，还说别让我动手，这都自己占我便宜了。张恒看着近在咫尺的柳青城，脸上微微洋溢出一丝笑脸，似乎感受到了张恒的目光。柳青城颤动了下眼睫毛，也缓缓睁开了眼睛，然后便看到张恒此时正盯着他看，四目相对，柳青城瞬间俏脸一片绯红，下一秒钟他又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趴在张恒的身上，顿时紧张的赶紧坐了起来。 俏脸上更是红到了耳根处。你醒了？张恒看着柳倾城那窘迫羞怯的样子，淡淡一笑。嗯，张恒，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做。柳倾城不敢看张恒，俏脸上的红霞还未完全褪去。随便吧，周野航。张恒刚说完这话，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大清早的就打来电话，肯定是有急事。张恒立即掏出电话看了一眼，是江南丹药协会的会长马国振打来的。难道我要找的绝品药材马会长有消息了？想到这里，张恒赶紧接了起来。 张大师，你之前托我找的几种绝品药材，我已经找到了其中一种药材的线索。电话里传来马国镇的声音：“是吗？什么药材？在哪里？”张恒忍不住激动地站了起来：“是百足金钱蜈蚣，左宏伟提供的线索。他说在飞云山见过这种百足金钱蜈蚣，但是想要抓它很是困难。”马国镇继续说道：“飞云山，好，你们等我，我马上过去。”张恒得到了消息后，便打算立即去找马国镇和左宏伟，然后去飞云山找百足金钱蜈蚣。柳倾城看到张恒急着要出去。 便忍不住关切地问道：“张恒，你要急着出去吗？对，我最近在寻找几种罕见的药材，有人帮我找到了线索，所以我得去一趟。”张恒淡淡地说道：“你要哪几种药材？我在医院里或许能帮上你忙。”柳倾城眼神认真地说道：“他很想帮上张恒。”张恒想了想，也对。柳倾城是医院里的医生，可能会有希望找到他需要的绝品药材。虽然这概率有点低，但张恒还是拿了一张纸过来，将他需要的几种绝品药材写了上去。现在还差落樱草、百足金钱蜈蚣、石亚木。 火山星辉、千年寒虫这五种，百足金钱蜈蚣，我现在已经找到线索了。剩下的四种药材，你帮我在医院里问下吧。好，我们医院里中医药材还是挺多的，刚好我们医院最近来了一位中医老专家，他知道很多中药材，我可以问他。柳青城将那张纸收下后，暗暗想着一定要帮张恒找到。那就多谢了，我先走了。张恒说着，先一步离开了。至于柳青城能否找到这些绝品药材，张恒完全不抱希望，毕竟这些药材可是非常罕见的。 从老家离开后，张恒连早饭都顾不得吃，便开车直奔江南丹药协会。开了足足半天的功夫，张恒才赶到江南丹药协会。而在大门口，会长马国镇和炼丹圣手左宏伟早就等在了那里。张恒停下车子后，便急匆匆地找上了他们：“左大师，马会长，你们在电话里说找到了百足金钱蜈蚣的线索，可是真的？”张恒一上来便急切地询问道：“是真的？我在飞云山看到过百足金钱蜈蚣，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跑进了飞云山的禁区。”左宏伟如实说道。 飞云山的禁区，那禁区人不能进去吗？张恒皱了皱眉头，追问道：“飞云山连绵六百公里，算是云省最大的山脉。不过山里面却有一个禁区，人一旦进入，便会听到飘渺如幻的琴音，然后就会陷入到无尽的幻境中，最后就会活活饿死在里面。”左宏伟颇为忌惮的说道：“张大师，的确是这样。我也听说过这飞云山禁区的事情。”旁边的马国震顿了顿后，继续续说道：“我们江南丹药协会的很多炼丹师都曾去过飞云山找寻药材，误入禁区的也有不少，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过，十死无生。” 这么邪门，张恒皱了皱眉头，不过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这飞云山的禁区绝对不简单。旋即又忍不住追问道：这飞云山禁区除了有琴音能让人产生幻觉外，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除了这个缥渺入魔的琴音外，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左宏伟摇了摇头，旋即又反问道：张大师，你确定还要去找百足金钱蜈蚣吗？可能因此丢命的。马国镇和左宏伟都很担心张恒，毕竟他是江南丹药协会唯一的炼丹天师，有他在。 他们江南丹药协会的声望就会长高一大截，要去还得马上去。张恒目光坚定的说道：“好不容易找到了百足金钱蜈蚣的线索，他怎么可能就此退缩？”不过在去之前，张恒得准备一件东西。不过在去之前，我得带上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左宏伟和马国镇双,双双看了过来。笛子。张恒淡淡的说道：“笛子。”左宏伟和马国镇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疑惑的表情。这笛子有什么用？嗯，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张恒嘴角微微一扬。 旋即在附近的百货超市里买了一根上好的竹笛，带上竹笛后，张衡便决定立即去飞云山。马国镇和左宏伟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但还是跟着张衡一起去了飞云山。一来是为张衡带路，二来也想到时候能帮上他一把。飞云山是在江南六省中云省的东边，从江南丹药协会过去，光开车也得整整一天一夜，足足二十四小时，可见路程非常远。不过好在他们都是修炼之人，坐一天的车都不觉得累。一路上。 左宏伟和马国镇都心事重重，一副忐忑不安的模样。显然，他们对那飞云山的禁区很是恐惧。倒是张恒一脸的平静。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张恒一行人终于到达了飞云山的山脚下。从车子里出来后，几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气。这飞云山果然是个好地方，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里面还有品类众多的药草，简直是我们炼丹师的理想修炼之地。马国镇看到这绵延六百多公里的山脉，很是感慨：“是啊，这飞云山我来过两次，每次都采集到了不少稀有药材。” 要不是这飞云山有禁区，我都想住在这里了。左宏伟也出声说道。一提起禁区，左宏伟和马国镇心情都又沉重了起来。张恒没有说话，而是用灵力感应了一下这整座飞云山，果然在中心区域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而且还有法阵之力。看来那里就是飞云山的禁区了。张恒盯着飞云山的中心区域，淡淡的念道：“我们进去吧，争取在太阳下山前回来。”张恒抬头看了一眼正上方的太阳后，抬脚往里走去。左宏伟和马国镇也跟了上去，不过不忘提醒道。 张大师，禁区就在飞云山的中心区域，而那百足金钱蜈蚣有时候会在外围活动，所以我们先在外围搜寻一下，万一能找到，就不必去禁区了。对对，张大师，我们还是先在外围找寻一下吧。马国镇也是点头附和道：“毕竟禁区的恐怖，他们都是有所耳闻的，一旦进去，十死无生。”好，要是能在外围找到，那我们就不进去禁区了。张恒话虽这样说着，但心里对那禁区依然充满好奇。马国镇和左宏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飞云山。 然后散开灵气，感应周围的情况。他们俩也都是修炼之人，所以都会用灵力去感应周围的事物。不过他们的范围要比张衡的小很多。飞云山里遍地都是草药，很多还都是罕见的草药。这里的药草还真是多呀、啊，随便走几步便能找到药草。马国正看得眼热不已。不过外围的这些药草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材，江南丹药协会里有很多，所以他也不屑去采集。左宏伟来过两次，对这里的情况他更为熟悉。飞云山外围的药材都非常普通。 越往里面，药草越是稀有，而且越是往里，野兽也越是凶恶。左宏伟边走边介绍道。张恒听到这里，对飞云山中心禁区就更为好奇了。很明显，这飞云山越往中心，灵气就越是浓郁，这就造成了越往里面，药草越是珍稀，野兽也越是凶恶。你们说这飞云山中心的禁区会不会有更稀有的药材？张恒下意识的说道。这话似乎也引起了左宏伟和马国镇的兴趣。按照药草的珍稀分布情况，中心禁区的确有可能出现绝品药草。 不过那里毕竟是禁区，要人命的。左宏伟一脸忌惮的说道：“从这药草的生长情况来看，越往里面可能灵气越是浓郁，而中心禁区的确有可能长有更稀有的绝品药草。”马国镇颇为仔细的分析道。左宏伟点了点头，非常赞同他的话。三人走了一会之后，周围的草木开始变得越来越茂盛了，脚下的药草也变得越来越珍贵起来。是马六花药。左宏伟看到一朵长得鲜红的花朵后，双眼冒光，这可是稀有药草，旋即赶紧跑过去将它给摘了下来。 然后将它放进了一个特制的木材箱里，这种木箱有刻印聚灵符阵，可以将药材保鲜。马国镇看到左宏伟采摘起了稀有药草，他也有些眼热，旋即跑去另外一边也去采摘稀有药草了。张恒倒是对这些珍稀药草暂时不感兴趣，不过有了飞云山以后，炼制其他丹药或许可以来这里采集药草。几人边采药边往里走去，一声兽吼声打断了他们三人的思绪。好，老虎的兽吼声从不远处传来。 然后，一只体长两米多的巨大老虎张牙舞爪的朝张恒他们三人走来。这只老虎比一般的老虎大很多了，而且体内隐隐有灵气，可见它很难对付。是只老虎！马国振和左宏伟双双一阵紧张。虽然他们也是修炼之人，但面对上变异的老虎，他们也不敢保证能百分百赢过它。让我来吧！张恒一脸平静的往前走出一步，只要他敢过来，那么他就能分分钟杀了这老虎。然而，这老虎才没走几步，一只巨大的巨型金色蜈蚣忽然窜了出来。 直接将那只老虎给缠住了，并且蜈蚣的足直接插进了老虎的身体里。老虎被巨型金色蜈蚣缠绕的痛苦不堪，连连吼叫，可无济于事。没几秒钟，便被巨型蜈蚣的毒给毒的倒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看得张恒他们三人目瞪口呆。是百足金钱蜈蚣，左宏伟很快就认出了这只巨型的金色蜈蚣。听到这里，马国振一脸激动，只要在这里抓住了这只百足金钱蜈蚣，那就不用跑去禁区了。张恒也认出了这只体长三米多如蟒蛇的金色巨型蜈蚣。 而且比他想象中的百足金钱蜈蚣还要大，可见这只百足金钱蜈蚣足有百年之久了。果然是百足金钱蜈蚣，还是百年百足金钱蜈蚣？看我捉了他！张恒说着，飞身而起，运起灵力，一拳轰了过去，寒冰拳。一拳祭出，灵气化作冰霜巨龙，朝百足金钱蜈蚣轰去。百足金钱蜈蚣此时正打算开吃那只巨虎，没想到会有人偷袭，一时不察，竟被张恒的寒冰拳给打中了。打中了！张恒激动不已。 以为马上就可以捉到百足金钱蜈蚣了，可没想到百足金钱蜈蚣被寒冰拳打中后，并未被冻住，吃痛之下丢下到嘴的巨虎，快速往中心禁区跑去。想逃没门！张恒说着，运起脚步往中心区追去。既然找到了，他可不甘心就这样让他逃走。马国镇和左宏伟也下意识地跟着追了过去。百足金钱蜈蚣速度极快，以张恒尊神境后期的境界，居然也只比他快了一些。可就在张恒快要抓到他的时候， 百足金钱蜈蚣忽然窜进了一处迷雾中，张恒正准备追进去的时候，后面的左宏伟忽然焦急的大声叫喊道：“张大师，别进去迷雾里，那是禁区！”张恒只犹豫了一秒钟，便踏入了那禁区。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里，双双大惊：“糟了，张大师进入禁区了，我们要进去找他吗？”马国镇和左宏伟两人犹豫了起来，不过也就犹豫了一秒钟，他们两人也追了进去。实在是张大师对于他们江南丹药协会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让他就此死在这里。 三人一前一后进入到了迷雾禁区里，好在张恒没有走远，在前面等他们。张大师，我们现在进入禁区了，要怎么办？左宏伟赶忙来到了张恒身边，这里到处是迷雾，完全看不清周围的路。张大师，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找那百足金钱蜈蚣？马国镇也是皱起了眉头。不急，这里非常有趣，说不定我剩下的几种绝品药材能在这里找到。张恒感觉这里不简单。话音刚落，迷雾里忽然传来了飘渺的琴音声，如魔似幻。听到这飘渺的琴音。 左宏伟和马国镇吓得面如土色，完了完了，幻境要开始出现了。马国镇和左宏伟心中绝望不已，他们早就听说这琴音是能要人命的。不急，我让你们欣赏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张恒嘴角微微一扬，对此他早有准备，旋即从身上拿出了早前买好的竹笛，然后吹奏了起来。第四百二十三章一曲笛音，玩破大阵。第四百二十三章一曲笛音，玩破大阵。飞云山的迷雾禁区中突然出现琴音，吓得马国镇和左宏伟脸色一白。 他们可都是听说过飞云山禁区的恐怖传说，只要听到这琴音，那幻境就会随之而出，接着他们便会永远走不出去，直到饿死在这琴音制造的幻境中。完了，完了，这下子我们要死在这里了！马国振和左宏伟完全失了方寸，陷入到了绝望中，面色更是惨白。左大师，马会长，你们别急，有我在，死不了。相比马国振和左宏伟的手足无措和绝望，张恒却是一脸平静，从容的拿出竹笛，准备以音破音。在来之前。 张衡就隐隐猜到，这所谓的琴音幻境，很可能是一种琴音大阵，是一种以琴音乐律作为阵基的的法阵。当然，能布下这种琴音大阵的，一定是非常精通琴音大道的人。想要破掉这琴音大阵，那么需要用同样的音乐大道。所以，张衡就事先准备了一支竹笛，准备用这笛音来破解这琴音。就让我的笛音来破解掉这缥缈魔幻的琴音吧。想到这里，张衡将竹笛凑到了嘴边，然后运起身上的灵力，开始吹奏了起来。笛音很快就被吹响，清脆悠扬的笛音瞬间扩散了开来。 仿如平静的水瓶突然被投下一颗石子，笛音在空气中以波浪的形态向外迅速扩散了开去。马国镇和左宏伟原本已经被飘渺魔幻的琴音侵袭的头晕目眩，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幻觉了。但是张恒的笛音一出现，他们的意识立马恢复了过来。刚才什么情况？我突然怎么就头晕目眩了，还看到了一些幻觉？恢复清明的左宏伟一脸后怕的说道。旁边的马国镇此时也刚从眩晕中恢复过来，同样是一脸后怕的表情。好险，差点就陷入到琴音制造的幻境中了。 看来传说都是真的，一旦陷入到这琴音幻境中，就会无法自拔。幸好有张大师的笛音将我唤醒了。回过神来后的马国镇一阵心有余悸，想起刚才陷入幻境的瞬间，后背一阵发凉。旋即下意识的转头看向了张衡，因为那笛音就是张大师吹奏出来的。张大师的笛音好像有清神醒脑的作用。马国镇想到了什么？不光马国镇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左宏伟也同样注意到了张恒吹奏出来的笛音不同凡响，这笛音有清醒神智的作用。张大师的这笛音似乎不是普通的笛音。 应该示入了道的笛音，要不是有张大师的笛音，此刻我们怕是已经陷入到了琴音幻境中而不可自拔了。左宏伟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而他这话也得到了马国镇的点头认同。笛音入道，这让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向张衡的眼神又拔高了一筹。不仅是炼丹天师，还能笛音入道，这种高人绝对是世间少有，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抱紧张衡大腿的想法。看，那些迷雾在渐渐散去了。马国镇忽然指着消散的迷雾，惊讶的说道：“左宏伟也看见了。” 顿时心中惊喜不已，好像迷雾的确在散去了。另外，琴音似乎也在变淡了。两人看到这里，激动不已。没有了迷雾，没有了琴音，这说明禁区的危险正在离他们远去。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张恒的笛音。张恒吹奏的笛音可不是一般的笛音，而是笛音大道，对抗上这琴音大阵绰绰有余。随着张恒笛音的不断扩散，周围的迷雾越来越少，琴音也变得越来越淡。再坚持一会这琴音法阵就能完全破掉了。张恒看到这一切。 眼里闪过一丝坚定的目光。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里，也明白了形势。张大师果然厉害，居然懂得笛音大道，用笛音破解琴音，当真让我叹服。左宏伟满眼拜服的说道。左宏伟也是满脸的拜服，旋即又看了一眼周围渐渐散去的迷雾，似乎想起了什么，这才恍然道：“怪不得张大师出来之前要买一支竹笛，原来早就想到要用笛音去破解这琴音幻境了。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张大师再坚持一会，这琴音和迷雾便可以破去了。” 马国镇也忍不住点了点头，对他的分析颇为赞同。然而，就在迷雾散去到一半的时候，迷雾深处忽然又传来了一阵更加慷慨激昂的琴音。无论是气势还是曲调，完全要比之前缥渺魔幻的琴音高亢许多。这新传来的高亢琴音，节奏更快，曲调也更高亢。关键是这新的琴音传来，迷雾似乎开始反扑，再次向马国镇、左宏伟以及张恒他们三人袭来。怎么突然又有新的琴音传来？那迷雾也反扑过来了。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里。 脸色再次一变，心中也再次紧张了起来。而张恒看到这里，眼里闪过一丝光芒。没想到这禁区中心居然还有个懂琴音大道的高人。既然如此，那我就好好陪你玩玩。张恒说着，随手掐了一个法诀，随即笛音的旋律也随之一变，同样变得高亢激进了一些。一曲沧海笑，天涯何处觅知音。高亢的琴音遇上激进的笛音，在空中撞出了强烈的火花。白色的迷雾在两股激荡的音乐中来回飘动，一会往里收缩，一会又往外扩张。 清晰而明确地显示出了两股激荡音乐的白热化较量，厉害，太厉害了！张大师居然顶住了这波新的琴音入侵，马国振都看傻眼了。虽然他不懂音律，但是白色的迷雾他还是能看到的。旁边的左宏伟也是看得暗暗捏了一把汗。看上去现在两股音律大道在互相僵持，现在就看谁的音律道法更持久了。左宏伟看着那来回摆动的迷雾，心里紧张不已。张恒看到那迷雾一时推进不得，心中暗暗有些惊讶，这禁区中心的那位琴音大道高人。 修为看来不一般，怪不得能布置出这琴音大阵。现在就看谁能坚持的久一点了。张恒旋即又继续吹奏起了竹笛，两股音律道法都不甘落后，音波在空气中强烈的震动了起来，迷雾都开始出现了翻滚的现象，呈现出波浪态势，可见两股音律道法隔空较量有多么的激烈。张恒的额头稍稍渗,渗出了一丝汗珠，他还是第一次在抖音律上如此艰难。其实张恒这次的笛音抗衡的是两股音律，一股是琴音大阵原来的飘缈魔音。 而另外一股是禁区中心那位琴音高人现场弹奏出来的高亢强烈的琴音，而张恒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扛下了这两波音律的共同进攻。我不能输，再坚持一会就行。禁区中心那位琴音高人想必也坚持不了多久。张恒心中暗暗想着的时候，再次运起身上的灵气，继续坚持吹奏了下来。两股音律在空中对撞的越来越激烈，不光迷雾在剧烈翻滚，连周围的花草树木都随之出现了震动的现象。这是音波建设，若是普通人在这里。 怕是要被这两股音波建设到吐血而亡了，快捂住耳朵！马国振忽然痛苦的大声提醒道。左宏伟不敢迟疑，捂住耳朵的同时，原地运起灵气，开始抵抗这音波建设的伤害。好在左宏伟和马国振两人都是修炼者，而且修为不低，这才能用灵力抵抗这音波建设。在激烈的音波对抗中，张恒的竹笛出现了一丝裂缝，隐隐要炸裂的感觉。糟了，竹笛坚持不了多久了，必须想办法尽快去上。张恒的竹笛毕竟是超市买来的，只是普通货色而已。 不是那种高级灵气，不然张衡早就在这波音律对抗中取胜了。情急中，张衡又掐了的一个增强法诀，顿时身上的灵气狂涌而出，笛音再次高亢了三个曲调。而就是这突然变高的曲调，宛如炸弹爆炸一般，直接将迷雾推了进去。一声琴弦断裂的声音由远及近传了过来，随即对面的琴音戛然而止。与此同时，张衡的笛音趁机大举攻入，将周围的迷雾瞬间清除。终于赢了！张衡看到这里，终于松了一口气，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竹笛。 面色也是苍白的很，好在一曲笛音吹完，又一大波的灵气从音律大道中反馈到了他身上，将他原本耗尽的灵气又补充了回来。好险，终于逼得对方罢手了。张恒暗、啊、暗松了口气，再看手里的竹笛，已经出现了很多裂缝。对面要是再坚持五秒钟，那么输的就是张恒了。真的好险！马国振和左宏伟看到迷雾消散，琴音消失，也放下了捂住耳朵的手。好像停了，迷雾也消失了，琴音也没有了。张大师赢了！左宏伟不敢置信的说道：“张大师真的赢了！” 这也太牛逼了！马国镇也是一脸佩服的说道：“今天要不是有张大师在，他们可能就死在这里了。”琴音大阵再加上真人现场弹奏，两股琴音大法都挡不住张恒从超市里买过来的竹笛吹奏的笛音。张恒也是暗呼侥幸，对方要是在坚持几秒钟，那么输的就是他了。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不过要小心，这禁区内要比外面危险，而且我不确定那禁区中的高人还会不会再出手。张恒警惕的提醒了一句后，开始往里走去。第四百二十四章，果真是人不可貌相。 第四百二十四章，果真是人不可貌相。飞云山中心禁区的深处，有一座小木屋，木屋外围搭建了不少树藤栅栏，围成了一个小院子。小院子清净宜人，还种了一些瓜果蔬菜以及稀有药草，非常适合隐居。而小院子的中心，有个银发白头的老太婆坐在一张木桌前，在她前面的木桌上放了一把紫黑色的木琴，木琴灵气氤氲，可见不是普通之物。但是眼下这紫黑色的木琴却断了一根弦，而在木琴上还有一丝丝红色的血迹滴落在上面。 没想到这人的音律道横居然会这么厉害！我琴音入道五十年，有琴音幻阵辅助，再加上紫黄琴，居然还是斗不过他的区区笛音。看来是高人老死了。老婆婆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后，心里忍不住一番感慨。在她看来，能在音律大道上赢过他，那绝对是老怪物。她忽然也对这高人产生了一丝好奇，旋即又剧烈的咳嗽了几声，然后喷出一口血来。刚才灵力动用太多，体内的暗伤又加剧了。看来活不到我要等的那个人了。老婆婆的眼神里闪烁出一丝遗憾和不甘心。与此同时。 张恒用笛音驱散迷雾，破掉了琴音幻阵后，带着马国振和左宏伟两人继续往飞云山的中心进发。而这一路行来，张恒等人才发现，这禁区里的药草要比外面的稀有很多。是龙猫尾草，这可是绝品药草。左宏伟像是看到了宝贝一般，双目发光的朝那株龙猫尾草跑了过去。这龙猫尾草属于绝品药草，一般只生长于洞天福地，是极佳的炼丹药材。也怪不得左宏伟看到这龙猫尾草会这么激动。我这里发现了一颗九龙藓草。 我的天啊，这里还有一堆的卧龙花！马国镇也疯狂了，旋即不顾形象的跑去采摘了起来。无论是九龙藓草还是卧龙花，都是极佳的炼丹药草，所以马国镇才会如此疯狂。张恒也在附近用目光搜寻着他需要的绝品药材，不知道有没有我需要的绝品药草。张恒心里也非常期待，眼下除了百足金钱蜈蚣外，张恒还缺少四种绝品药材。而在这禁区中心，灵气逼人，显然是非常有可能出绝品药材的。三人边赶路边寻找各种绝品药草。 同时也在搜寻百足金钱蜈蚣的踪迹。马会长，这里有好多的白鸟果！左宏伟又再次激动地叫喊了起来。马国镇听到这里也赶了过去。当看到挂满树枝的白鸟果，心下也是激动不已。还真是白鸟果，还这么多！这次来这里真是赚大发了。马国镇和左宏伟两人摘草药摘得不亦乐乎，似乎完全忘记了寻找百足金钱蜈蚣。张恒找了一圈，也见到了不少珍稀的药草，但是都没有他想要的绝品药草。就在张恒快放弃的时候，左宏伟突然大声地对张恒叫喊道。 张大师，我找到落银草了！你不是正在找这落银草吗？在这里，听到左宏伟的声音，张恒立即跑了过去。在哪？落银草在哪里？张恒心中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就在那里，在那个小土丘上。左宏伟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小土丘说道。张恒顺着左宏伟的手指指向看去，果然在一个小土丘上看到了一株明艳而高洁的草，正是落银草。落银草，真的是落银草！张恒此时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这落银草正好是他缺少的四种绝品药草的其中一样。 张恒正准备抬脚去摘的时候，一条巨大的赤红色蟒蛇突然窜了出来，恰好拦住了张恒去摘那落银草。这赤红色的蟒蛇体长足有五米，体表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红色鳞片，嘴里还吐着长长的信子，蛇嘴里的那两颗毒牙更是流淌着毒液，是赤炼蟒蛇。马国镇看到这条赤红色的巨大蟒蛇，吓得面色一变；左宏伟也吓得倒退了几步，面色同样泛白。实在是这赤炼蟒蛇太过可怕了，而且在这禁区里的赤炼蟒蛇。 无论是体型还是伤害力都要强大很多，被咬上绝对能瞬间致命。你们退后，让我来。”张恒一脸淡然的说道。这赤练蟒蛇看起来虽然很厉害，但在张恒眼里和一条大虫没什么区别。左宏伟和马国镇听到这里，赶紧退到了张恒身后。“张大师，你要小心，这赤练蟒蛇速度极快，而且非常毒，被咬上一口能瞬间毙命。”左宏伟和马国镇忍不住关切道。“放心，区区一条大虫还奈何不了我。”张恒说着，不退反进。 朝赤炼蟒蛇走了过去，而赤炼蟒蛇看到张恒还敢朝他走来，蛇头开始高高的昂起，摆出了攻击的态势。小虫子，来！张恒朝赤炼蟒蛇招了招手，一脸的平静。赤炼蟒蛇似乎看懂了张恒的挑衅行为，当即张开血盆大口朝张恒扑了过去。只见一道红色的闪电腾的而起，然后朝张恒扑来。左宏伟和马国振根本看不清赤炼蟒蛇的轨迹，不过就是这样的闪电速度，在张恒面前却是慢如蚂蚁。张恒只是轻松伸出一只手来。 便准确的抓住了这赤炼蟒蛇的七寸处，然后赤烈的火焰从手中喷涌而出，当即将赤炼蟒蛇给烧着了。赤炼蟒蛇被火烧着后，痛苦的剧烈摆动起来，然而他无法挣脱张衡的束缚，没过几秒钟便死翘翘了。张衡将烧焦的赤炼蟒蛇随手丢在了地上，然后朝落银草走去。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里，暗暗咽了口一口唾沫，也就只有张大师这样的高人才能如此轻松的对付变异的赤炼蟒蛇了。终于又找到了一种绝品药草，等会再寻找百足金钱蜈蚣。 那么就只剩下三种绝品药材了，离炼制结阴丹又进了一步。张恒说着，将小土丘上的落银草给小心的拔了出来，然后用灵气包裹着，将之装进了他随身带来的袋子里。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吧，争取在太阳落山前找到百足金钱蜈蚣。张恒转身对左宏伟两人说道：“好。”左宏伟和马国振两人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深处寻找。三人边找边采摘稀有药草，一晃又过了两个多小时，眼看着太阳就快下山了。 一道熟悉的金色身影从张恒他们身边的草丛里闪过，左宏伟和马国镇还没发现，张恒却是第一时间发现了这道金色的身影。找到了，百足金钱蜈蚣，原来你藏在这里。张恒说着，朝那百足金钱蜈蚣快步走去，而那百足金钱蜈蚣似乎也注意到了张恒，看到他追了过来，立马又吓得往深处跑去。看来之前张恒那一记寒冰拳让他记忆深刻，还想跑，这回看你还往哪里跑。张恒说着，运起灵力，快速追了过去。 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里，也迅速跟了上去。不过他们的速度显然要比张恒慢很多。这次张恒不再留有余力了，一个飞身便追上了百足金钱蜈蚣。然而就在他想要伸手抓住这百足金钱蜈蚣的时候，忽然前面有一股强大的吸力将百足金钱蜈蚣给吸了过去。张恒又再次抓了个空，而且转眼间这百足金钱蜈蚣便消失不见了。有人抢百足金钱蜈蚣，张恒第一时间产生了这种念头。等他站稳身子后，朝前面看去。 赫然发现有个小院子矗立在那里，居然有个小木屋，看样子就是这木屋的主人将百足金钱蜈蚣给抢走了。张恒刚走出一步，便听到一个苍老而清幽的声音传了过来：“这百足金钱蜈蚣是我养的，不是你随便能抓的。再不退去，我就不客气了。”张恒听到这里，暗暗皱了皱眉头，这声音分明是个老太婆的声音，看来这个老太婆就是部下琴音换阵以及弹琴跟他作对的人了。不过这百足金钱蜈蚣既然是对方的，张恒也不敢表现的太过蛮横，随即拱了拱身，对着木屋里的老婆婆说道。 老前辈，这百足金钱蜈蚣对我炼丹十分重要，我愿意出钱买下。我是钱财如粪土，你想用钱财买我的百足金钱蜈蚣，是不是太小看了？老太婆不屑的声音又再次传了过来。张恒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旋即走到了小院子的门口，继续说道：“前辈有什么条件，我们出来再谈。”话音一落，小木屋的门果然打开了，然后从里面走出来一位银发白头的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不过她脸色苍白，气息紊乱，显然身体受了伤。 我养这百足金钱蜈蚣是用来治我伤的，你将它捉去，那岂不是让我等死？白婆婆一脸严肃地说道。张恒听到这老婆婆养百足金钱蜈蚣是为了治伤，反而暗暗松了口气。不瞒婆婆，晚辈正好会一些医术，你身上的伤或许我能治。张恒说话的时候走进了这院子，然后在院子的木桌上看到了一把紫黑色的木琴，上面有一根琴弦已经断裂。看到这里，张恒忽然明白，眼前这老太婆就是之前跟他音律对抗的高人了。哦，你会医术，不过我身上的伤可不是一般的伤。 乃是极北之气所伤，你年纪轻轻，就是医术再好，也治不好我这身上的伤，还是快快离去，免得浪费时间。白婆婆显然不相信张恒有这能力，言语间还有点感人的味道。不过张恒却不甘心就这样离去，而是想了想后说道：“婆婆，有句话说得好，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何况你这身上的伤，也有我一定的责任，所以我必须要给你治。你有什么责任？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白婆婆语气清冷的说道：“方才和婆婆隔空斗音律的，便是在下。” 张恒淡淡的说道：“什么是你？”白婆婆满脸的惊讶之色，她万万没想到能在音律一道上赢过她的高人，居然是个年轻人，果真是人不可貌相。第四百二十五章征服白婆婆。第四百二十五章征服白婆婆。白婆婆的确很惊讶，在音律大道上赢过她的居然是个年轻人，苍白的脸上带着一丝不敢相信。旋即她想到了什么，又追问道：“你是用什么乐律法宝来跟我斗的？”在她想来，如此年轻的小伙子，论灵力的厚度肯定不如他。 既然能赢过他，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张恒很可能有高级乐律法宝，也只有这个可能，年纪轻轻才有可能赢过他。我用的是这根竹笛，不是什么法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竹笛而已，从超市里一百块钱买过来的。张恒说着，将身上的一根竹笛拿了出来，只是这竹笛上面已经布满了裂痕，好像随时都要碎裂一般。什么？不是法宝，只是从超市里买过来的普通竹笛，能给我看看吗？白婆婆的脸上再次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他不相信张恒仅凭一根普普通通的竹笛就能在音律一道上赢过他。你想看就拿去看吧。张恒说着，随手将那根竹笛丢了过去。白婆婆随手一接，便将那竹笛隔空给拿在了手里，然后仔细端详了起来。正如张恒所说的一样，这真的仅仅只是个普通竹笛而已，毫无灵气，只是上面有了很多裂痕。居然真的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竹笛，这怎么可能？难道这小子的音律道法真的这么强？白婆婆心中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似乎也只有这个解释了。婆婆。 现在可相信我了。张恒顿了顿后，接着说道：“另外，你身上的伤我也能帮你治好，但是治好后能否把百足金钱蜈蚣送与我？”张恒还是想要百足金钱蜈蚣。你的音律道法的确让我很惊讶，既然你也懂医术，那就暂且进来吧。白婆婆终于松口了。张恒的音律道法得到了白婆婆的认同，随即也暂时认同了张恒这个人，随即对他的态度也变了。张恒见白婆婆同意了，便抬脚走了进去。木屋里很是简陋，只有一床一椅，还有个做饭的灶台，其他家具更是没有，过得相当简单。 婆婆，你在这里是一个人住吗？张恒忍不住出声问道。嗯，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自从受伤后就一直在这里归隐。白婆婆说着，给张恒拿了一个树墩，就当是凳子了，坐吧。我这里简陋，你就坐这树墩上吧。婆婆，我先给你把脉吧。张恒也不在意，坐在树墩上后，便想赶紧给白婆婆瞧病疗伤。这次白婆婆倒是很配合，坐在椅子上后，将有些干枯的手腕放在了桌子上。我这伤已经二十多年了，是极北老人伤的我，你要是能治就治吧。 治不了那就走吧，这百足金钱蜈蚣我不可能给你，我还想多活几年。”白婆婆淡淡的说道。世人都想多活几年，不过白婆婆活着却是在这里等一个人，她这不是仅仅在为自己活。极北老人很厉害吗？”张恒皱眉问道。他没有听过这个人，不过说话的同时手已经搭在了白婆婆的手腕上，开始给她诊脉，查探伤势情况了。极北老人是我们江南三大高手之一，尊神境巅峰强者，独创的极北九式，在江南六省毫无敌手。白婆婆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闪过一丝恨意和不甘心。看来当年被极北老人打伤，白婆婆也是心有不甘。江南三大高手之一，听起来还挺厉害的。张恒淡淡的说道。张恒说话间，将一丝灵气通过手指传入到了白婆婆体内，然后开始仔仔细细的探查起来。张恒控制着灵气在白婆婆的体内游走了一圈，最终在胸口位置探查到了一丝阴柔诡异的气息。白婆婆的五脏六腑都被这股阴柔之气给侵袭，而且张恒的灵力一接近，便被这股阴柔之气给化掉了，当真有些邪门。 婆婆，你胸口位置的那股阴柔之气，想必就是极北老人所伤的吧？张恒将手收了回来，他已经了解白婆婆的受伤情况了。正是这股阴柔之气，便是极北老人的极北之气，能化掉一切力量，包括灵力，所以一般的医药根本治不了。即使是像百足金钱蜈蚣这种绝品药材，也只能让我多苟延残喘几天。白婆婆有些无奈地说道：“这极北之气的确很是罕见和诡异，不过也并不是不能治。”张恒皱了皱眉后说道。 你能治好我这伤势？白婆婆听到这里，浑浊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希冀。我能治好你的伤，不过因为时间拖得太长的关系，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张恒点了点头，说道：“没事，只要还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好的。”白婆婆的脸上升起了一抹希望，看向张恒的眼神微微有些变化。那好，我先给你施针，试着清除下这阴柔之气，然后再给你开几副方子，你先吃着好了。张恒说着，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布包，打开来后，里面全是一排排的银针。白婆婆看到张恒这么专业，又相信了他几分。 想要驱除白婆婆体内的这阴柔之气，用烈阳之气驱除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快，张恒将银针一枚一枚的插在了白婆婆的身上，一共十八枚，贯穿了身体的主要十八个穴位。烈阳针法，张恒运起身上的灵力，转变为烈阳之气，旋即通过十八枚银针，一丝丝的灌入到了白婆婆体内。婆婆，这烈阳之气刚开始会有点痛苦，你坚持下。张恒小心提醒道，因为这烈阳针法实则是比较霸道的治疗手段，和白婆婆体内的阴柔之气一旦对抗起来。 就会让她很是痛苦。没事，你大胆的诊治吧。白婆婆似乎已经完全相信了张恒，张恒点了点头，随即便认真的治疗了起来。随着一点点的烈阳之气涌入白婆婆的体内，她身体内的阴柔之气开始疯狂进攻。这股外来的烈阳之气顿时在白婆婆体内一寒一热，两股气体互相较劲了起来。白婆婆苍老的脸上开始出现了一丝痛苦的表情，但被她强行忍住了。张恒没有收手，而是继续控制着烈阳之气灌入到白婆婆体内。白婆婆体内的烈阳之气越来越多。 她胸口处的阴柔之气开始渐渐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留在白婆婆体内二十多年的阴柔之气开始慢慢的消散，但是白婆婆却是痛苦的脸都扭曲了，两股寒热之气在体内打架，肯定是非常痛苦的。好在白婆婆意志够坚定，实力够强，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近一个小时后，白婆婆体内的阴柔之气终于被张恒的烈阳之气给基本消除掉了。张恒旋即收手，将烈阳之气也收了回来，同时将十八枚银针也给收了回来。寒热之气消失。 白婆婆顿时感觉全身一阵舒爽。好了，婆婆，你体内的极北之气差不多已经被我消除殆尽了，但是五脏六腑被极北之气损伤，想要一下子治愈有些困难。不过我给你开几副方子，你吃一个月就可以痊愈了。张恒说话的时候也是暗暗松了口气，刚才他是真怕白婆婆坚持不住，不然他这一切可能就前功尽弃了。我体内的极北之气就这样消除了。白婆婆一脸不敢置信的问道，说着，白婆婆站起身来，试着运转灵力，不烧一会。 白婆婆惊喜地发现，她体内的极北之气真的被消除干净了，这让她欣喜若狂。太好了，困扰了二十多年的极北之气终于消失了。白婆婆难掩兴奋之色。婆婆，你身上的极北之气虽然消除了，但至少还得休养一个月，等五脏六腑都恢复了，才能运功，否则会对身体有损伤。张恒说话的同时，取来了纸和笔，在纸上面开始写起了方子。多谢公子出手相救，不知公子姓名。直到此时，白婆婆才彻底认可了张恒的医术，一时间态度大变。我叫张恒。 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你照着上面的药材抓药吃上一个月，你体内被极北之气侵袭受损的五脏六腑也会恢复。张恒说着，将写好的方子递给了白婆婆。白婆婆接过方子后，扫了一眼，心里激动不已。没想到我白银花有朝一日居然还能痊愈的走出这片山林。白婆婆本已做好了死在这里的准备，但却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她还能恢复痊愈。白婆婆，你现在可以把百足金钱蜈蚣给我了吧？张恒淡淡的说道。既然张公子治好了我的伤，这百足金钱蜈蚣对我也没什么用了。 说着，白婆婆从身上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罐子，然后递给了张衡。百足金钱蜈蚣就在这黑色罐子里，你拿去吧。张衡看到这手掌大小的黑色罐子，微微一阵惊讶。这么大的一条百足金钱蜈蚣，就装在这么小的一个黑色罐子里？张衡可是记得，这百足金钱蜈蚣有两三米长，一个手掌大小的黑色罐子怎么可能装得下？张公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罐子，而是羊骨罐，一般是用来养蛊的，能装下很多大型蛇虫蛊。白婆婆笑着解释道：“原来如此。” 看来这羊骨罐是个法宝了。张恒很快就想到了什么，旋即将羊骨罐接了过来，打开看了一眼，那百足金钱蜈蚣果然在里面，不过身形要变小了很多。张公子好眼力，这羊骨罐的确是个高级法宝，是江州古王炼制的。白婆婆心情很好的叙说道：“那就多谢白婆婆了，这羊骨罐和百足金钱蜈蚣我就都带走了。”张恒也不客气了，这百足金钱蜈蚣他非常需要。正准备起身的时候，张恒忽然又想到了什么，转头对白婆婆继续道：“白婆婆。” 你在这飞云山中心生活了二十多年，应该对这这里的各种药材都很熟悉吧？张恒想通过白银花来寻找他剩下的几种药材。没错，我白银花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中心区有多少珍稀药材，我都一清二楚。白婆婆颇为自信地说道：“那正好，我这里有几种药材，还烦请白婆婆帮我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张恒说着，将他剩下的几种药材都写在了一张纸上。张恒他出来乍到这里，对这里的草木不可能熟悉，而白银花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对这里的草木肯定熟悉的很。 通过它，可能会找到张恒需要的绝品药材。白婆婆接过那张纸后，便认真的看了起来。上面只写了三种绝品药材，分别是石亚木、火山星辉、千年寒虫，都是世上难寻的绝品药材。白婆婆看了几眼后，皱眉想了想，旋即对张恒说道：“这石亚树好像在这里有，其他两种这里就没有了。这里有石亚树，白婆婆能带我过去吗？”张恒听到这里，一脸的激动。石亚木就是石亚树的枝干，找到石亚树，也就等于有了石亚木。可以。 石亚树就在我木屋后面不远处，我带你过去好了。”白婆婆说着，便拿起拐杖往外走去。张恒也跟了过去。刚走出院子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左宏伟和马国镇两人，他们气喘吁吁，一脸着急的模样，看来是找张恒找了很长时间了。“张大师，我们可算找到你了！你速度也太快了，都追没影了。”马国镇气喘吁吁的上来说道。左宏伟也是累得气喘吁吁，旋即他很快注意到张恒身边还有个银发白头的老太婆。“张大师，这位是？他是这里的主人。” 之前跟我音律对弈的便是这位婆婆张恒，简单介绍了一下后，又继续说道：“百足金钱蜈蚣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去采摘石亚木。这里有石亚木。”左宏伟和马国镇都是一脸的震惊，要知道这石亚树是非常罕见的，只有洞天福地才会生长，是炼丹制药的极品材料，拿到市面上去拍卖，至少得好几亿。有，那石亚树就在我木屋的后面。白婆婆点了点头后，往木屋的后面走去。张恒第一时间跟了过去。 反应过来后的马国镇和左宏伟也兴奋地跟了过去。一行四人走了几分钟，便看到了一株三四米高大的白色树木，其上树叶枝杈繁茂，还有不少飞鸟栖息在上面，还真的是石亚树。左宏伟和马国镇看到这么大一株石亚树，兴奋的不得了。这说明他们也能带一些石亚木回去，这可是炼丹制药的极品药材。张恒看到这石亚树也是目光闪烁，终于又找到了一种绝品药材。现在就剩下最后两种绝品药材了。想到这里，张恒也不犹豫，赶紧上去摘了一截石亚木。 然后郑重地将其收好。左宏伟和马国镇两人也迫不及待地上去摘了两节。处理完这一切后，张恒也该准备回去了。白婆婆，多谢你的百足金钱蜈蚣还有石崖木，下次若有机会还会再过这里看你的。张恒淡淡的说道，想着下次要是炼丹缺少药材，可以来这里寻找。下次你可能在这里见不到我了。现在伤势好了，我白银花也该出山了。白婆婆笑着说道。白银花一直在这里等一个人，不过等了二十多年，他一直没过来找她。伤势恢复的她，自然准备主动出山去找他了。 而左宏伟和马国镇听到白银花自报名号后，一脸的震惊。什么？你就是琴瑟和鸣之一的琴王白银花？很显然，马国镇和左宏伟听说过白银花的名号，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江湖上居然还有人记得我。白银花拄着拐杖笑道：“张恒，没想到这白婆婆居然这么出名。不过想想也是，能一手布置琴音大阵，又能千里弹琴杀人，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白婆婆，那我们就此告辞了。”张恒对着白银花抱了抱拳：“张公子。” 我们有缘再见。白银花也对张恒抱了抱拳，她对张恒的印象很不错。张恒和白婆婆告别后，便和左宏伟和马国镇原路返回。这次来飞云山收获很大，不光捉到了百足金钱蜈蚣，还意外的拿到了落银草和石亚木。左宏伟和马国镇此行也收获丰厚，下山的路上满脸的兴奋。不过就在张恒快要到山脚的时候，林曼妮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张恒没有犹豫，当即就接了起来。很快就从电话里传来林曼妮熟悉的声音：“张恒，我查到千年寒虫的踪迹了，你快过来。”好。 我马上过来。张恒听到这里，心里再次一阵激动，旋即快步往山下走去。第四百二十六章变被动为主动的妙计。第四百二十六章变被动为主动的妙计。上阳城的人民医院，柳倾城最近下班后就一直往中医药部跑，然后挨个问中医药师一些绝品药材的事情。而这些绝品药材都是当初张恒列清单给他的。柳倾城非常想帮上张恒，可惜一连问了好几天，那些中医药师都不知道这些绝品药材，这让柳倾城一阵泄气。好在最近上阳城人民医院邀请了一位江南有名的中医专家过来坐诊。 这是柳青城最后的希望。一下班，柳青城便拿着张恒给他的绝品药材清单，急匆匆地跑去找谢静老中医。来到他的办公室后，刚好看到头发花白的谢静老中医正好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柳青城调整了下心情后，便走了进去。谢老您好，我是内科部的副主任柳青城。柳青城颇为恭敬地打招呼道：“原来是柳医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谢静抬头看了一眼柳青城后，笑着说道：“谢老，我听说你是江南有名的老中医，一定见识过不少中药材吧？”柳青城很是诚恳地问道：“对。” 我自五岁便开始学医变药，至今也有七十多年了。见过的中药材的确很多。谢静说话的时候喝了一口自带的茶水。柳青城听到这里微微一喜，旋即将手里的那张绝品药材清单拿了出来。谢老，我这里有一张中医药材清单，上面的药材不知道您都见过吗？柳青城说着，将那张清单恭敬地递给了谢静。谢静下意识的接过后，仔细看了起来，只扫了几眼便皱起了眉头。柳医师，你这上面的中医药材都是从哪里听说的？谢静可是老中医，也研究过炼丹。 所以一看这些药材，便知道不是普通的治病药材，而是炼丹药材。我一个朋友给我的，他现在非常缺这几位中医药材。谢老知道这些药材在哪里能弄到吗？柳青城带着一丝期待地问道。这些可都不是普通的中医药材，而是非常罕见的炼丹药材，一般人手里根本不可能有。谢老说着，又仔细看了几眼，旋即注意到其中一位药材后，说道：“这清单上面的药材虽然我都认识，但不知道具体哪里有。不过这位火山星辉，我倒是见过。”柳青城听到这里。 心里一喜，谢老，你在哪里见过这火山星辉？能告诉我吗？柳青城俏脸上满是期待的表情，他真的很想帮张恒。就在中海的白起山，这山在以前是个火山，千万年前喷出过不少岩浆，白起山就是靠着这些岩浆堆积形成的。谢静顿了顿后，继续续说道：“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死火山，但是经过千万年的浸润，这些岩浆很有可能就会孕育出这火山星辉。当初偶然之下，我在那里见到过一块火山星辉，你去那里寻找，或许还有机会找到。”真的吗？太好了！ 可是我不认识火山星辉，谢老，你可有火山星辉的照片或者视频？柳倾城俏脸上满是激动的追问道。照片倒是没有，因为那块火山星辉我也只是近距离的见过，然后被一个神秘人给抢走了。谢静说到这里也不无有些遗憾，旋即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不过我倒是清楚这火山星辉长什么样。”这火山星辉长什么样子？柳倾城颇为急切的追问道。火山星辉外表是灰白色，白天看起来跟一般石头无异，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发出赤红色的光芒，非常的漂亮。另外。 它的温度也要比一般石头高很多，如果符合这几项条件，基本就可以确定是火山星灰了。谢晋如实的描述道：“原来如此，多谢谢老了。”柳倾城说着便要转身去找，却被谢晋给叫住了。“柳医师，你不会真要去白起山找火山星灰吧？那里山路崎岖，还有野兽虎豹，很是危险。当年我差点就被一只老虎给吃了。”“没事，我就当是去旅游一下。”柳倾城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白起山找这火山星灰了，不过让他一个人去偌大的山脉找火山星灰，柳倾城还是有点怕的。 让小雅跟我一起去吧，就当是带她旅游野营了。柳青城想到这里，便打了个电话给刘小雅，说是带她去外面野营。刘小雅一听要去外面野营，自然是高兴的很，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柳青城本还想叫上张恒一起的，但一想到此去白起山并不一定能找到火山星辉，便打消了念头。他不想让张恒白白高兴一场，最后却失望而归。若是他真找到了，到时候拿给张恒，还能给他一个惊喜。不过在出发之前，柳青城还是准备了很多必要的野营东西。 还准备了很多医用药水，包括驱蛇虫的药粉。在柳倾城和刘小雅结伴去白起山的同时，张恒也从飞云山回来了。在重阳上的山脚下，身穿黑色紧身包臀裙的林曼妮早就等在那里了。看到张恒回来，性感妩媚的林曼妮便第一时间迎了过去。张恒，你可算回来了！你之前不是托我帮你找炼丹药材吗？现在有千年寒虫的消息了。林曼妮满是急切的说道：“是吗？千年寒虫在哪里？”张恒听到这里也是满心的期待。 现在他炼制结阴丹的药材就缺少火山星灰和千年寒虫了。只要再集齐这两种绝品药材，那么就可以炼制结阴丹了。一旦炼制成结阴丹，那么便能转瞬间突破到元婴境了。江南拍卖会上流传出了千年寒虫拍卖的信息，不过那千年寒虫的拥有者江家为了造势，将这消息提前放了出来。现在整个江南六省需要这千年寒虫的大佬都知道，今天晚上在江南拍卖会上要拍卖千年寒虫了。林曼妮颇为焦急的说说道：“拍卖会吗？那就是比拼钱了。张咒了咒”张恒皱了皱眉。 这就有点简单粗暴了。不过事实并没有张恒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大概有多少人要竞争这千年寒虫吗？张恒下意识地问道。据我现在所知道的，有三位强有力的竞争者一定会参加。林曼妮想了想说道：“哪三位？”张恒皱了皱眉头道：“一位是江南房地产大鳄胡成，江南六省各市都有他家族集团的房地产，他个人身价数万亿，家族能调动的资产会更多。他竞争这千年寒虫，主要是他三代单传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热病，只有这极寒属性的千年寒虫能治。” 所以这次拍卖会上，他肯定会不遗余力的竞拍。林曼妮顿了顿后，继续说道：“第二位是江南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他的天赋体质是极寒体质，从小就修炼寒冰功法，而这千年寒虫对他有修炼大补的作用，所以他也会不遗余力的竞争。第三位是江南毒王，这千年寒虫可以用来制作寒毒，他也会竞争，不过应该不会拼了老命去竞争。”林曼妮一口气将他调查到的信息都说给了张恒听。除了江南毒王外， 胡成和郭吉这两位肯定会大力气竞争。张恒皱了皱眉头，毕竟一位涉及到自己儿子的性命，一位涉及到自己修炼的进步。张恒，这还只是目前传出来明确要竞争的三位，另外还有很多大佬应该也会参与。这千年寒虫的拥有者是江南江家，是出了名的贪婪之辈，而且这千年寒虫是他们家族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极北之地搞到的，绝对想以此大赚一笔。林曼妮满是忧心忡忡地说道：“他们提前放出千年寒虫拍卖的消息。” 就是想吸引更多的土豪大佬参与竞拍，这样他们就能大赚一笔了。我知道了，张恒皱了皱眉头，这的确是个难题。他虽然现在身价超过万亿，但也架不住江南的那些大土豪，特别是一些家族土豪，他们的财富底蕴，张恒根本比不了。如果单单比拼钱财，张恒还真不一定是他们这些豪门大佬的对手。不过张恒很快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还是个反被动为主动的妙计。旋即转头对林曼妮说道：“曼妮，你等我一会我去练气室拿一些东西。”之前张恒空闲的时候。 炼制了不少关于寒气属性的灵气，此时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将炼器室里的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都带上后，林曼妮便开车带着张恒径直前往江南拍卖会。江南拍卖会是江南六省中级别最高的拍卖会，能来这里竞拍的都是土豪中的土豪、大佬中的大佬，而送选到这里竞拍的物品也都是极品中的极品。张恒和林曼妮开车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中午时分，离晚上竞拍开始还有足足六个小时。不过即使这样，在江南拍卖会所前也已经来了不少人。车子停稳后。 张恒和林曼妮从车里走了下来，入目的是满眼的豪车，一百万的豪车在这里算是垃圾车了，可见来这里的人都是多么的土豪了。张恒，进去吧，我通过一些关系搞到了一张邀请函，可以直接进去。林曼妮说着，从包包里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邀请函。嗯，不过我想在这之前先见一见拍卖会所的负责人。张恒表情认真的说道：“我有些高级灵气需要参与竞拍，你要拍卖高级灵气。林曼妮微微有些惊讶，不过很快就应下了。好，那我给你安排下。 我正好认识他们的经理林曼妮，是无条件支持张恒，只要他发话了，那么他就会无条件照办。林曼妮应下后，便给这江南拍卖会的经理打了个电话，并很快得到了对方的回复。张恒，他让我们直接进去找他就可以了，在三楼的一号鉴定室。林曼妮挂掉电话后说道：“那就先进去吧。”张恒点了点头。他之所以要将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参与竞拍，自然是有原因的。这些来参与竞拍千年寒虫的豪门大佬，大多都是看中了千年寒虫的极寒属性。 而张恒这次过来带了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些高级灵器就足以满足大部分因千年寒虫而来的大佬，包括想要千年寒虫治病的江南房地产大鳄胡成，以及想要靠千年寒虫增长修为的极道盟的盟主郭吉。除了上述两人外，其他想要极寒属性的大佬，大部分也都能通过极寒灵气来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和目的。而且，张恒炼制的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效果可能会比千年寒虫还要好。当他们都拥有了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 那么，竞争千年寒虫的欲望就会大大降低。如此一来，张恒既能通过极寒高级灵气的拍卖获得不菲的钱财收入，又能降低潜在的竞争者。而且，这次因为江家的特别宣传，导致很多需要极寒属性的大佬来了很多，张恒因此又能收割一波了。而江家最后可能会沦为给张恒做嫁衣的下场。所以，这是一招化被动为主动的妙计。不得不说，张恒非常聪明。江南拍卖会所非常的大，进入到里面后，就像进入到了国家博物馆。 一楼是各类藏品的展示厅，还按藏品的分类分了好几个展示厅。此时有很多大佬就在一楼的各个展厅观看藏品。二楼则是拍卖场，按照藏品价值的高低分为普通拍卖场和高级拍卖场，而千年寒虫则被分到了高级拍卖场。三楼则是各类鉴定室以及行政办公人员的办公地方了。张恒和林曼妮一路往三楼走去，很快便到了三楼的一号鉴定室。林曼妮敲了敲门后，段有才段经理第一时间出来开门，看到林曼妮后，一脸的亲切和笑意。林总。 你来了，先进来吧。段有才说着，将林曼妮和张恒迎了进来。张恒进来后，这才看到这鉴定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专业，各类古玩藏品在这里都有，而负责鉴定的师傅也有好几个。此时他们都在认真的鉴定着各类藏品和古玩，连张恒和林曼妮的到来，他们都没看一眼，可见他们都非常的认真和专注。段经理，这位是我朋友张恒，他手里有几件高级灵器，想要参与今晚的竞拍，不知道可不可以？林曼妮淡淡询问道。 高级灵气，当真？段友才听到这里，眼睛一亮，但旋即又闪过一丝质疑的神色。法器在这世上原本就非常稀少，更何谈是灵气还是高级灵气，一件普通的法器可能就价值上千万了，要是灵气的话，至少得十亿起步，而高级灵气可能价值百亿。器具级别越高，越是难以炼制，即使是炼器大师，也就只能炼制法器，而只有炼器圣手才有可能炼制灵气，想要炼制出高级灵气。 那也得靠运气才能成功，所以这高级灵气非常的稀少，也怪不得段友才会质疑和不信。当然是真的，我这位朋友可不是一般人。”林曼妮说着，眼里闪过一丝骄傲。张恒听到这里也不废话了，将带来的四件高级灵气都拿了出来。这四件高级灵气都是极寒属性的，所以当他将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拿出来后，整个鉴定室内气温瞬间下降了好几度。四件高级灵气，段友才有点目瞪口呆。 一件高级灵器都已经非常罕见了，而张恒一出手就直接拿出了四件，这的确是震惊到了他。对，四件玲珑寒玉珠、翡翠极寒手镯、血玉寒冰吊坠以及极寒护身玉佩，张恒逐一对他们介绍道。段有才虽然不太相信这四件高级灵器是真的，但是这骤降的温度也让他不得不相信了几分。不过到底是不是真的高级灵器，还得有鉴定专家鉴定过才知道。各位鉴定师傅，这里有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能麻烦过来？段有才话还未说完。 鉴定室内的八位鉴定老师傅都齐齐走了过来，他们都是鉴定界的泰斗。当鉴定室内的气温骤降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张恒带来的这四件宝贝。旋即不等段有才邀请，他们就自动走了过来。可见这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吸引到了他们的注意。这位公子，这四件都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其中一位戴着厚厚眼镜的王师傅一脸不敢置信的说道。其他七位鉴定老师傅也把目光投射在了这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上。是的。 这四件的确都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麻烦各位鉴定师傅鉴定下吧。”张恒淡淡的说道。随即，张恒感应到这八位鉴定老师傅身上都有浓郁的灵气，可见他们都不是一般的鉴定师。好说，好说。王师傅说话的时候，拿过玲珑寒玉珠，满眼热切的鉴定了起来。而其他七位鉴定专家也迫不及待的争抢鉴定了起来。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林曼妮倒是对张恒很有信心，只是段有才、段经理却是不太相信这四件法器都是高级灵器。 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今晚的拍卖会可能会轰动整个江南。八位鉴定师傅轮流鉴定着这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他们越看越是心惊。整整一个小时后，八位鉴定师傅才基本鉴定完。我的天啊，这四件宝贝真的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王师傅整个人都激动的颤抖了起来，其他七位鉴定师傅也都是非常兴奋和激动。一次性见到四件高级灵器，说出去在鉴定界他们都能吹好久了。而段友才听到这里，彻底震惊了。 他知道今晚的拍卖主角可能不再是千年寒虫了，而是这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而今夜必将轰动整个江南拍卖界。第四百二十七章最大赢家。第四百二十七章最大赢家。张恒一次性拿出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把鉴定室内的众人都给震惊了。这每一件都至少价值百亿，甚至更高。张先生，林总，这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级别非常高，我把他们安排压轴出场拍卖吧。段有才下意识的说道：“这么高级的东西。” 也只有压轴位置才配得上他们。不过张恒却不这么想，他可是有自己的打算和计划。我听说你们这里晚上还要拍卖千年寒虫，是吗？他会在哪个拍卖场竞拍？张恒想了想后说道：“张恒想打听清楚了，再针对性的安排。千年寒虫就在高级拍卖厅作为压轴作品出场。不过以张先生的四件高级灵器来看，完全可以取代千年寒虫作为压轴竞拍品。”段有才如是的解说道：“不用作为压轴品竞拍，你把这四件高级灵器同样放在高级拍卖厅，另外安排在千年寒虫之前拍卖。” 而且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我这四件高级灵器拍卖完后，接着就是千年寒虫压轴。张恒顿了顿后，意味深长地提醒道：“段经理，你可明白我说的话？明白，我明白了。”段有才不傻，一听张恒这么安排，又想到这四件高级灵器都是极寒属性，分明是不想给千年寒虫叫上架的机会。那好，麻烦你帮我们安排下，晚上我很期待这次的拍卖会。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夜幕降临，高级拍卖会即将开始。二楼的高级拍卖大厅内，来了不少江南有名的豪门大佬。” 一个角落里，身材魁梧发福的江家族长江康安看着会场内爆满的土豪大佬，心里微微有些兴奋。族长，这次我们将千年寒虫的消息扩散的很彻底，很多需要极寒属性的大佬都基本来了。跟在他身边的家族年轻俊杰江文明躬身说道，眼里同样带着一丝激动。很好，我特别交代的四个人都来了吗？江康安转头瞥了一眼江文明后说道。房地产大鳄胡成，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赵家的老祖宗，秦家堡的族长秦战，族长,长交代的这四人都到了。 江文明认真的回禀道：“这就好。胡成的儿子得了热病，需要极寒属性的东西来治愈。郭吉需要用极寒属性的东西来增长修为。赵家的老祖宗天生寒体，用这极寒属性的东西可以延寿。至于秦战，他需要用极寒属性来克制他体内的火毒。”江康安顿了顿后，一脸得意的继续说道：“这四人身家万亿，家族底蕴又深厚，到时候我们的千年寒虫一出，竞拍价就会瞬间飙涨。到时候我们江家就是最大的赢家了。”旁边的江文明听到这里。 也不得不佩服族长的妙计，还是族长有先见之明。这次我们又能狠狠的捞一笔了，至少也得一百亿起步。江文明恭维道：“一百亿怎么够？至少也得给我一千亿起步。”江康安肥胖的脸上闪过一丝贪婪之色。他们江家在江南以投机倒把发家，很多的产业都是坑蒙拐骗过来的。江南上流圈子的人都非常讨厌和江家合作，但很多时候又没得选择，因为他们的手段总是能拿捏到你的痛处。就比如这次的千年寒虫，明知道这千年寒虫不值几百上千亿。 但是这些豪门大佬又不得不争相竞拍，这就是江家的厉害之处了，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手段。不过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次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江家布下这么大一个局，很可能就是给了张恒做嫁衣。晚上八点，高级拍卖厅的拍卖如期开始，台下两百多个位置座无虚席，足可见这次拍卖会的火爆。张恒和林曼妮坐在了靠墙的一个位置，静等拍卖会开始。很快，前面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穿着燕尾服的年轻帅气男子，手里拿着话筒。 这人就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宋波了。他一来到舞台上，便热情地跟在座的众位豪门大佬问好。在介绍了一番拍卖规则后，便正式进入了正题。本次拍卖会有一大批稀有宝贝，保证让各位来此的大佬都大开眼界。宋波顿了顿后，继续说道：“好了，下面我们先请出第一件竞拍宝贝——明永乐时期的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古文梅瓶。这是一件明朝永乐年间的瓷器，高三十六厘米，修胎精细，不见接痕，胎体轻薄，釉面光润，传世品少。” 十分珍贵，是目前所见最大的永乐梅瓶。宋波介绍的时候，将那只永乐梅瓶放在了高台上，然后有摄像机实时对准永乐梅瓶拍摄，并第一时间将梅瓶的各处细节展示在舞台上面的大显示屏上，这样就能让现场所有的大佬都能更清楚的看到这只永乐梅瓶了。这只永乐梅瓶起拍价一百万，现在开始竞拍。主持人宋波说完这话后，坐在下面的大佬开始举牌叫价：两百万、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几乎是十分钟不到。 这只目前世上最大的永乐梅瓶，竞拍价格就超过了两千万，可见来这里的大佬都非常的有钱。张恒兴趣缺缺的坐在墙边，对这只永乐梅瓶完全没什么兴趣。最后，这只永乐梅瓶以一亿的价格成功被一位富豪商人买走。接下来是第二件、第三件、第四件藏品，最终成交价格都是过亿。看来能被选上进入高级拍卖厅的宝贝，价值都非常高。不过对于这些凡俗之物，张恒完全没什么兴趣。在座的很多大佬对这些单纯的艺术品也不太感兴趣。 因为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那件极寒属性的千年寒虫。不过很快就到本场拍卖会的高潮了。舞台上的宋波看到下一件的竞拍品后，也是颇为激动。各位，下面这件竞拍品是一件高级灵器，还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宋波话音刚落，下面那些在座的大佬顿时一阵哗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怎么事先没通知啊？真的假的？真的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主持人，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一下子坐在下面的那些豪门大佬都沸腾了。 现场中有一半的大佬都是冲着千年寒虫来的，而现在居然又出了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怎能不让他们激动？江家的江康安听到这里，却是眉头大皱，心中暗道不妙：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组长，我也不知道，我之前咨询过段经理，他没说有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参与竞拍啊。江文明此时也有些紧张了，这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出现，很大可能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先别急，就一件极寒灵器，对大局不会有什么影响。 江康安沉住气后说道，而另外一边，那些急需极寒属性宝贝的豪门大佬们却开始摩拳擦掌了起来。特别是房地产大鳄胡成、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赵家的老祖宗、秦家堡的族长秦战这四位大佬，太好了，居然有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这宝贝比千年寒虫还要好。千年寒虫只是一次性的，而这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却是能永久使用的。很多大佬在脑袋里都闪过这个念头，这件极寒属性的宝贝他们抢定了。在现场大佬的目光注视下。 这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缓缓被主持人宋波给揭晓了。这是一颗玲珑寒玉珠，本身拥有极寒气息外，还有聚集灵气的功能。无论是练功还是驱毒，甚至治病，都非常的有效。这番介绍刚落下，下面的那些大佬无不激动了起来。这分明是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而且还是永久能一直有效的。张恒坐在靠墙处，看到那些大佬目光都灼热了起来，嘴角微微一扬，好戏终于要开始了。正如张恒所言，好戏真的要开始了。这颗玲珑寒玉珠起拍价一亿。 现在开始竞拍。主持人宋波刚说完这话后，现场的那些大佬纷纷举牌加价，两亿、五亿、十亿。仅仅几秒钟的时间，这颗玲珑寒玉珠就被叫到了十亿的天价。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二十亿，房地产大鳄胡成迫不及待的举牌加价；三十亿，赵家的老祖宗同样加价争抢；五十亿，秦家堡的族长秦战同样不甘落后的加价；一百亿，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咬了咬牙。 直接将这颗玲珑寒玉珠的价格翻了一倍。此言一出，全场众人顿时一阵哗然。一百亿，那已经是天价中的天价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敢跟他竞争。一百五十亿，房地产大鳄胡成再次加价。他的儿子得了热病，只有极寒属性的东西才能治病，所以这颗玲珑寒玉珠一定要抢到。两百亿，赵家的老祖宗也忍不住再次出手。他先天极寒体质，到了现在一百五十多岁，寿命将近，想要活下去，必须得靠极寒属性的东西来延寿他。 所以，这颗玲珑寒玉珠同样对他很是重要。两百五十亿，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也不甘落后的报出了一个天价。他的修为卡在尊神境初期已经很长时间，想要突破韩性体质的他必须借助极寒属性的东西。两百五十亿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价格了，就连张恒也没想到这么快这颗玲珑寒玉珠的价格就飙到了这么一个天价。然而，他还是小看了这些大佬。五百亿，一个洪亮的声音如惊天炸雷一般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炸裂。 直接将竞拍价又翻了一倍。秦家宝的族长秦战，他身中火毒，只有靠极寒属性的宝贝才能驱除。所以，为了能活下，他即使散尽家财，也必须得到这颗玲珑寒玉珠。江康安看着这四人争抢，心里在滴血。这可是他们江家花费大力气才把这四位精准大佬给邀请到了这里，可万万没想到，居然让别人得了便宜。幸好只有这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即使他们四位中有一人获得了这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对接下来的千年寒虫竞拍影响也不大。 江康安自我安慰道：“主持人宋波站在舞台上，见其他大佬都没人出价了，便开始报数了。五百亿第一次，五百亿第二次。就在众人以为五百亿要成交的时候，房地产大鳄胡城再次举牌加价八百亿。胡城爆出这个价格的时候，眼瞳都已经变得赤红了。为了三代单传的儿子，他豁出去了。八百亿，这已经是破了江南拍卖会的最高竞拍记录了。现场大佬都被这个价格给震惊了。古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赵家的老祖宗此时也不免有些犹豫了起来。” 然而，秦家堡的族长秦战似乎也杀红了眼，一千亿！秦战站,站起身来，大吼道：“他还不想死，所以就必须拿下这颗玲珑寒,寒玉珠。”这个价格再次把现场几位大佬给看呆了，就连张恒也是惊住了。这些大佬出手还真是阔绰。张恒惊讶的同时，也暗暗欣喜，他们抬价抬得越高，最后受益的是他。一千亿，这个价格不但再次刷新了江南拍卖会的历史记录，还把其他几位豪门打给给吓住了。一千亿，第一次，主持人宋波再次报数，一千亿，第二次，一千亿，第三次。 成交！恭喜三号牌这位先生获得玲珑寒玉珠。随着主持人宋波的落锤，这件玲珑寒玉珠被秦家堡的族长秦战以一千亿的价格拍得。其他三位没有竞拍到的大佬暗暗有些泄气和不甘心，而秦战却是激动不已，赶紧起身去付钱。虽然这一千亿几乎动用光了他们家族的流动现金，但比起保住性命还是值得的。江康安看到玲珑寒玉珠以一千亿的价格成交，眼热不已。现在看来，秦战应该退出了。有了这极寒属性的玲珑寒玉珠。 他体内的火毒应该也可以去除了。江康安叹了口气，一个有力竞争者的退出，很可能会让他少赚很多。好在还剩下三位大佬，等压轴的千年寒虫一出，他们还不得大打出手？江康安在心里兀自安慰着，也期待着。然而舞台上的主持人宋波接下来的话，却再次将他打入了冰窖。接下来要竞拍的这件宝贝，同样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翡翠极寒手镯。此言一出，现场的那些大佬都再次一阵哗然。 其中最激动的莫过于刚才三位没有抢到玲珑寒玉珠的大佬，太好了，居然又出来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次一定要抢到！胡成、郭吉以及赵家的老祖宗的老祖宗都再次在心底里生出了希望。而江康安听到又出了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心里忍不住又一哆嗦，怎么又出了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此时江康安的脸色很是难看，连续两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大大打乱了他的计划和布局。组长，现在怎么办？姜文明也是皱眉问道。 还能怎么办？现在也只能等这件高级灵器过去了。江康安心里虽然窝火，但却无计可施，只能硬挺过去了。很快，翡翠极寒手镯的竞拍也开始了。这件翡翠极寒手镯起拍价一亿，下面开始竞拍。话音一落，现场的众位大佬再次疯狂加价，在几秒钟内便被再次加到了一百亿。这个价格之后，那些小鱼小虾根本无力再往上加，剩下的只有房地产大鳄胡成、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赵家的老祖宗这三位老对手了。 五百亿，胡成直接将价格拉高到了一个天价，八百亿。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咬了咬牙，加价道：“他已经错过了一次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他不想再错过这件宝贝了。”一千亿，赵家的老祖宗也不甘落后的加价道：“他也不想再错过这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气。这种高级灵气本就难得一见，再加上是极寒属性，那更加的难得。所以错过了一件后，他们就不愿意再错过第二件。”一千一百亿，胡成犹豫了几秒钟后，再次加价道。 这翡翠极寒手镯居然将价格拍出了更高的价格，现场众人听到这里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江康安看到这里，眼皮抽动了一下，这都是他邀请来的大佬，然而现在都为别人做了嫁衣。一千一百亿，第一次；一千一百亿，第二次；一千一百亿，第三次，成交。主持人宋波痛快地落下了锤子，最终翡翠极寒手镯以一千一百亿的价格成交。没抢到翡翠极寒手镯的赵家老祖宗和极道盟的盟主郭吉都暗暗叹了口气。 张恒没想到这么轻松又赚进了这么多钱，没来由的嘴角微微一扬。而江康安是这里最为郁闷的，没想到居然出了两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现在总算都过去了。接下来该轮到我们的千年寒虫了吧？江康安有些着急了，因为现在就剩下赵家老祖宗和极道盟的盟主郭吉两位强有力的竞拍者了。只要有这两位在，那么他们江家的千年寒虫还是能大赚一笔的。然而又一个现实狠狠的打破了他的计划。接下来这件同样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 血玉寒冰吊坠起拍价一亿。当主持人宋波说出这番话后，不光将康安震惊了，现场其他长老也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居然还有第三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赵家老祖宗和极道盟的盟主郭吉，当听到还有第三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后，都再次兴奋了起来。一百亿！赵家老祖宗直接将价格抬到了一个天价。五百亿！极道盟的盟主郭吉也不甘落后，再次竞争了起来。这一次竞争的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其他人都成了看客。八百亿！ 赵家老祖宗同样爆出了一个天价，极道盟的盟主郭吉想了想后，并没有再出手，因为今晚还有一件千年寒虫，所以他就留守了。最后，这件血玉寒冰吊坠以八百亿的价格被赵家老祖宗拍走。江康安看到这里，已经抑制不住的愤怒了。连续出现三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已经不是巧合了。即使再傻，他也看出了一些什么。看来今晚有人在针对我们江家。江康安以为是昔日的仇家在针对他们。组长，要不要我去调查一下？江文明低声说道。嗯。 去调查一下，到底是哪个狗杂种敢坏我们江家的好事？江康安低声的咒骂道，显然他已经愤怒到极点了。江文明离开后，主持人宋波又在舞台上宣布道：“下面这件要竞拍的稀世珍宝，同样是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名为极寒护身玉佩，起拍价一亿。”主持人话音刚落，现场的众人都再次震惊了，居然还有一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一场拍卖会连续出了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完全是创造了历史。不过，由于缺少了竞争对手。 被鼓舞协会极道盟的盟主郭吉捡了个大便宜，最后以一百二十亿的价格被他拍走了。江康安看到这里，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他特地邀请过来的四位强有力的竞争者，现在手上都有了极寒属性的灵气，那他们对接下来要拍卖的千年寒虫基本没什么需求了，更谈不上去竞争了。到底是谁敢坏我们江家的好事？江康安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但眼下只能忍着。很快，主持人宋波在舞台上又再次宣布道：“现在我们要进行最后一场拍卖交易，千年寒虫起拍价一亿。” 终于轮到江康安他们的千年寒虫了，可惜那四位强有力的大佬都没有再出手了，只剩下一些小鱼小虾在那里竞争。张恒看到这里，嘴角微微一扬，终于轮到他出手了。三十亿，张恒报出了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比之前那四位大佬出手的价格，那根本就是零头。然而，就是这样的零头价格，在这些小鱼小虾面前也成了天价，他们没人再出价竞争了。三十亿，第一次；三十亿，第二次；三十亿，第三次。 恭喜八十八号的这位先生拍的千年寒虫。江康安看到这里，愤怒的一拳捏碎了手里的杯子。这三十亿的价格和他预计的一千亿相差甚远，完全连零头都算不上。张恒却是嘴角微微一扬，这次的拍卖会不仅白白赚了几千亿，还顺便拿到了自己需要的千年寒虫，果真是赚大了。而江家布下的这个大局，最终却给了张恒做嫁衣。第四百二十八章，跟我开玩笑找死。第四百二十八章，跟我开玩笑找死。这次拍卖会，张恒不仅以极低的价格拍到了千年寒虫。 还顺便赚进了几千亿，把江家布下的局完美的变成了他的，简直是一石二鸟。拍下千年寒虫后，张恒和林曼妮便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去了三楼的交易室付钱。与此同时，江家的族长江康安却是一脸的恼怒，连续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这分明是有人想针对我们江家，让我查到是谁，我弄死你！江康安愤怒的一掌拍碎了身前的桌子，将他拍成了碎粉。很快，江文明急匆匆的走了过来，在江康安耳边低声禀报道：“族长。” 我查清楚了，的确有人在开拍前拿了四件极寒属性的高级灵器过来。是谁？到底是何人敢坏我们江家的好事？江康安很是愤怒的说道。段有才不肯说，不过我买通了其中一位鉴定师，当时他就在场，正是中海省的林曼妮和刚才拍的千年寒虫的那位公子。江文明如实禀报道，原来是他们，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最后却让他摘了果子，不但让他赚了大钱，最后还把我的千年寒虫低价给拍走了，真是两头赚啊。 江康安的脸色气得一阵扭曲，文明叫人带上家伙，不让他们吐出来，我誓不罢休。是族长江文明应了一声后，便下去叫人了。在他们叫人的同时，张恒和林曼妮已经在交易室将千年寒虫给取到了。张先生，这次四件高级灵器的拍卖所得，在扣除一部分手续费后，已经汇入到了你指定的账户中。段有才说话的同时，又亲手将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瓷瓶递给了张恒，而瓷瓶里装的正是千年寒虫。另外，这就是你拍下的千年寒虫，张先生。 你拿好，多谢段经理了。张恒说着接了过来，然后第一时间打开小瓷瓶看了一眼，果然看到了千年寒虫在里面，顿时微微一阵兴奋。终于又集齐了一种绝品药材，现在就剩下火山星灰了。只要再找到最后这一种绝品药材，那么就能炼制出接阴丹了。一旦炼制出接阴丹，那么张恒就能转瞬间突破到元婴境，相当于神王境。到那时，即使什么圣王过来找他报仇，张恒也不怕了。张恒拿到了千年寒虫后，便想转身离去，却被段有才又给叫住了。张先生。 林总，以后你们若还是有其他高级灵器，都可以交给我们江南拍卖会来拍卖，手续费可以额外再给你们降三个点。段有才说着，从身上又摸出了一张金色的卡片，递给张恒道：“另外，这是我们江南拍卖会的至尊卡，以后您就是我们江南拍卖会的至尊会员，可以随意进出我们拍卖会，还享有各种优先权利。”这么优质的一个大客户，段有才怎么可能会不加以讨好呢？那就多谢段经理了，以后有需要东西，拍卖会优先拿到你们这里。张恒也不客气，直接将那张金卡给收下了。 收下了金卡后，张恒和林曼妮从拍卖会走了出来。这次的拍卖会之行，让他着实收获满满。张恒，你现在还差哪个绝品药材？林曼妮边走路边问道。还差最后一位绝品药材——火山星辉。张恒下意识的回道。只是话音刚落，张恒便发现有一群人朝他们围了过来，手里还拿着棍棒、砍刀，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张先生，林总，你们好啊！江康安带头走了出来，一脸的不善。林曼妮看到这情况，脸色微微一变。倒是张恒一脸淡然的问道。 你是哪位？我叫江康安，江家的族长。我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你倒好，白白抢了我们的几千亿，还低价拍走了我们的千年寒虫。江康安一脸的阴狠和愤怒，旋即又对张恒和林曼妮出声威胁道：“我今天给你们两条路：一，立马转给我两千亿；二，废了你们俩。你们自己选吧。”江康安耗费了不少精力才布下今天的局，就是为了大捞一笔，哪想到被张恒给摘了果子。他怎么可能甘心就这样放张恒和林曼妮走？不过面对威胁，张恒一点也不紧张。 我要是不想走这两条路呢？张恒淡淡的说道，完全没有将围住他们的这些人放在眼里。不想走这两条路，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由我替你们做选择了。江康安说着，挥了挥手，顿时周围二十多个江家护卫手持武器，进一步将包围圈给缩小了。显然，江康安还不想就此动手，想先吓唬吓唬张恒和林曼妮，好让他们答应吐出两千亿来。不过他的如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因为张恒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你们要上的话，赶紧，我赶时间，别磨磨蹭蹭的。反倒是张恒有些急了。 上又不上，在那里吓唬谁呢？这话把江康安气得不轻，当即指着张恒愤怒地咆哮道：“张先生，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给不给我两千亿？”江康安其实是想要钱的，但真逼急了他，他也不介意把张恒和林曼妮废了出出气。不给，有本事就过来废了我们。”张恒淡淡的说道。“好，好样的，那老子就如你所愿。”江康安气急败坏的大喝道：“给我上，废了他们俩！”话音一落，二十多个江家手下手持武器朝张恒冲了过去。这些虽然都会一些功夫。 但张恒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只见张恒随手挥了一下，顿时一股强大的劲风从他手里而出，几乎是眨眼之间，这二十多个人便被张恒给扇飞了，犹如天女散花一般，纷纷向外飞出，在空中横移了十几米。这些手下纷纷跌落在地上，倒在地上的这些人，要么摔断了手，要么摔断了腿，更有甚至直接吐血晕了过去。可见他们都受伤不轻，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江康安和江文明看到这里，心底极度震惊，脸色更是变得一片惨白。怎么可能？ 这小子随手一挥，就把我的二十多个手下给扇飞了。江康安额头上冒出了一丝冷汗，这根本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了。站在他旁边的江文明看到这里，也是脸色苍白。张恒的厉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组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张恒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们根本打不过他。江文明小声的说道：“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早知道他这么厉害，就不去惹他了。”江康安有一些后悔，情急之中只能想着先抽身离开了。张先生，刚才是我们跟你开的一个玩笑。 你别介意，江康安在见识到了张恒的厉害后，为了自保，只能陪笑了。跟我开玩笑？那行，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张恒嘴角微微一扬，道：“我同样给你两条路选择：一自废双腿；二给我跪下来磕头道歉。”什么？张恒，你别太过分！江康安脸上涌起一抹怒气，话虽说的很有骨气，但身子却很诚实。只见江康安话刚说完，双腿便立即跪了下来，语气也迅速软了下去。我选择第二条。江文明看到这里，惊掉了下巴。 这族长变脸也太快了，随即他也跪了下来，为了双腿跪地求饶，其实也没什么。他们江家人除了投机取巧外，见风使舵、识时,时务的本事也是很厉害的。张先生，我们错了，还请放我们一条生路。江康安说着，啪啪啪的给张恒磕起头来，江文明也跟着毫不犹豫的磕起头来。张恒看到他们变脸变得这么快，也是暗暗一阵惊讶。这江家果然是一个神奇的家族。起来吧，以后再招惹我，我可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了。 张恒丢下这句话后，便兀自离开了。林曼妮也快步跟了上去。江康安和江文明看到张恒走远了，这才暗暗松了口气。刚才张恒给他们的压迫和威胁实在太强了，妈的，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江康安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虽然心里很不甘心，但也只能自认倒霉了。第四百二十九章两个女人选谁？第四百二十九章两个女人选谁？第四百二十九章在张恒和林曼妮开车回去之前，柳倾城和刘小雅背着背包也已经到了白起山。 他们两个女孩子过来，这荒芜的白起山还是有些危险的。不过柳青城这次很是坚决，无论如何都要在山上找一找。姐姐，我有些累了，我们要不先搭个帐篷休息吧？刘小雅背着一个登山包，俏脸上满是汗水，气息也有急促，显然是累得不轻。那行吧，我们就在山腰处的那块平地上搭建帐篷休息下吧。柳青城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平地，说道：“这白起山也不算是大型山脉，只能算是一个中小型的山脉。不过比较荒凉，基本上没有人来这里。山上也到处都是杂草丛生。” 很不好走路，很快两个女孩子就搭好了帐篷。刘小雅看了一眼荒芜的周围，有些紧张。姐姐，你怎么会选择来这里野营啊？太荒凉了。刘小雅本以为是那种旅游性质的野营，哪想到是真的来这荒山郊野来野营。荒凉吗？我倒觉得这里充满了原始气息。柳青城现在满脑子的想找火山星辉，至于其他问题，他都自动忽略掉了。柳青城说话的时候，双眼在四处寻找着，甚至还用树枝在各个山间翻找着。这异常的行为却引起了柳小雅的注意。姐姐。 你是在找什么吗？刘小雅喝了一口水后，很是好奇的询问道：“我在找一种叫火山星辉的石头，它外表灰白色，摸起来会比较温热，晚上还会发出赤红色的光芒。”柳倾城边找边说道：“火山星辉？你来这里不会就是想找这种石头吧？”刘小雅一脸惊讶的说道：“怎么会？我当然是带你过来野营的，找石头是顺便的事。”柳倾城言不由衷的说道，不过眼睛却不敢看刘小雅。哼，我才不信！刘小雅太了解姐姐的性格了。 小雅，你也帮我一起找找吧。”柳倾城转头恳求道，“姐姐，这火山星会有什么用？让你大老远的跑来这里寻找？”刘小雅一脸好奇的问道，“不知道，不过张恒好像在寻找这个东西，想来对他比较重要吧？”柳倾城下意识的回道，“张恒，姐夫在找这个东西？”刘小雅顿了顿后，忽然一脸笑意的凑了上来，“姐姐，你什么时候跟姐夫关系和好了，还帮他来找石头？”柳倾城这才意识到自己说多话了，“我让你找就赶紧找，怎么这么多话？”柳倾城故意板起脸来说道，“好好，我帮你找。” 帮你找，刘小雅说着，也帮忙去找这火山星灰了。为了姐姐和姐夫重归于好，刘小雅也准备拼了。夜幕渐渐降临，两人在山里找寻了好大一圈，都没有找到，不免让他们有些泄气。姐姐，这山上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石头。刘小雅又累又饿，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啃起了面包。晚上应该会比较容易找一些，这火山星灰在晚上会发出赤红色的光芒，这样会方便寻找一些。柳倾城还是不想就这样放弃。好吧，刘小雅又吃了几口面包。要不是这石头是张恒需要的。 刘小雅可能早就放弃了。然而天色黑下来后，山路就越发的难走了。啊！柳青城一脚踩了个空，顿时在山上跌落了下去，整个人在山上滚了好几圈。幸好有一棵大树挡住了滚下来的去路，不然柳青城还要往山下滚落下去。姐姐，刘小雅看到这里，吓得赶紧跑了过去。柳青城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后，全身一阵痛楚，手上、脚上，甚至脸上都有血迹。好在都是皮外伤，衣服也被石头和树枝给刮破了，衣服上还沾满了各种泥土。 全身上下满是狼狈，姐姐，姐姐，你没事吧？刘小雅打着手电筒，终于来到了柳青城的身边，看到姐姐身上到处是泥土和血迹，心疼的眼眶都红了。没事，只是一点皮外伤。柳青城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泥土，说道：“姐姐，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里太危险了。”刘小雅很是担心的说道：“不行，现在还不能回去，等我找到了火山星辉再回去。”柳青城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 眼眸里带着一丝坚定，说着又拄着一根树枝往其他方向找寻起火山星灰来。刘小雅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只能在后面默默跟着寻找。两个弱女子在深山荒野半夜里就这么走着，要是没有执着的信念，很难会坚持下去。好，一个虎啸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柳青城和刘小雅听到这里，吓得面色一白，然后赶紧躲在了一棵树丛里。是老虎吗？刘小雅瑟瑟发抖地说道：“嘘<噓>，别说话，这老虎应该没有发现我们。”柳青城压低了声音说道。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紧张和害怕。在他们俩藏起来后不久，一头大老虎从他们前面不远处走过，嘴里还叼着一只已经死去的豺狼，鲜红的鲜血从嘴里滴落下来，很是可怕。柳青城和刘小雅借着月光看到这一幕，都吓得不敢出声，就连呼吸都被屏住了，生怕被这大老虎给发现。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后，这头大老虎这才走远了。柳青城和刘小雅这才敢重新喘气，终于走远了，吓死我了！刘小雅拍着胸脯说道，脸色白的还未恢复。 柳青城刚才也是害怕的很，好在这一危险终于过去了，现在安全了，我们再去寻找吧。柳青城说着，又起来走了出去。刘小雅也只能跟在后面继续寻找。两个弱女子大半夜的又寻找了一圈，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处悬崖边上发现了一抹赤红色的光芒。姐姐，你看那块石头是不是在发出赤红色的光芒？刘小雅指着悬崖边的那块石头，兴奋地说道：“好像还真的是。”柳青城顺着柳小雅的手指指向，也看到了那块发出赤红色光芒的石头。 旋即兴奋地走了过去，刘小雅也紧跟了过去。不过很快就发现那块石头处在悬崖边上，想要去拿很是危险。姐姐，等等，那石头好像在悬崖边上。刘小雅突然拉住了柳青城，提醒道：“柳青城之前太过兴奋，一时没看清楚。现在再仔细看去，还真发现这石头不好拿，因为他就在悬崖的边上，稍微一步注意，便很有可能会掉下悬崖去。”柳青城原地想了想，很快便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背包里有绳子，等会你绑住我，然后将另外一头绑到树上，这样我再去拿石头。” 其实我不慎掉下去，也不会有事。这个办法好。刘小雅也不禁为姐姐的智慧和聪明点赞。说着，柳青城便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根长绳，一端将自己绑住，而另外一边绑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好了，已经绑结实了。刘小雅对柳青城说道：“嗯，我去拿石头，你在这里等我。要是我掉下去了，你就拉绳子。”柳青城说完这话后，便大着胆子往悬崖边走去。越靠近悬崖边，柳青城心里越是害怕，但一想到那火山星辉就在眼前了，他就咬了咬牙，继续往前面走去。 很快，柳倾城就接近了那块火山星辉，还有一点点就能拿到了。柳倾城伸长了手去抓那块石头，就在他成功抓到那块石头的时候，脚下的泥土忽然一松，柳倾城整个人从悬崖上掉了下去。阿柳倾城一阵惊呼，好在之前有绳子绑住了他，这才没有掉下去。可即使是这样，也把刘小雅吓得够呛。姐姐，姐姐，你没事吧？刘小雅赶紧走了过去。我没事，这石头真的是火山星辉。柳倾城被挂在了悬崖边上，心里虽然害怕，但更多的是兴奋。 因为这块石头就是他想要找的火山星辉，摸在手里还有温热的感觉，太好了！姐姐，我拉你上来吧。”刘小雅说着，开始拉起了绳子。柳青城把火山星辉放进了背包里后，也徒手借力爬了上来。等重新爬上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终于上来了，吓死我了！”柳青城心有余悸的说道，不过脸上难掩兴奋之情。“姐姐，你没事吧？刚才吓死我了！”刘小雅赶紧走了过来，一脸关切的说道：“没事，好在火山星辉我已经拿到了。” 我们下山去吧！柳青城一脸兴奋地说道。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放亮，山间的路也渐渐清晰了起来。柳青城和刘小雅相互扶持着走下山去。一夜未睡的他们满脸憔悴，但难掩兴奋之情。到了山脚下后，两人齐齐松了一口气，终于安全下山来了。姐姐，我们回去吧，得回去好好洗个澡，身上太脏了。刘小雅看到自己全身上下脏兮兮的，忍不住想尽快洗个澡。从这里回去，刚好要经过重阳山，我想先把火山星挥给他。 柳青城现在心情很是兴奋，想着赶紧把火山星挥给张恒，给他一个惊喜。姐姐不对劲哦，连澡都不洗，就想着先给姐夫送石头，你这心思不纯哦。柳小雅的话说的柳青城一阵俏脸晕红，就你这小妮子话多，赶紧上车，我只是顺路给他送个石头而已。柳青城红着脸先一步钻进了车子里，柳小雅嘻嘻,嘻一笑，也跟着上了车。太阳初上的时候，张恒和林曼妮也从江南拍卖会回到了众阳山。车子停稳后，张恒和林曼妮双,双双从车里走了出来。曼妮，这次谢谢你了。 要不是有你告诉了我千年寒虫的线索，我可能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搞到这绝品药材。张恒满是感谢的说道：“张恒，你不用谢我，只要是你的事情，我愿意赴汤蹈火。”林曼妮眼眸里透着一丝坚定。张恒知道林曼妮对自己的感情，但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柳青城。先回去休息一下吧，开了一夜车也累了。张恒一脸关切的说道：“我是有点累，不过只要你一个拥抱，我什么累都消失了。”林曼妮这是在暗示张恒抱她一下，她想要的不多，一个拥抱就能让她开心一整天了。 累了，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我的拥抱并不能……张恒话音未落，林曼妮忽然忍不住一把扑进了张恒的怀里，然后将他紧紧的抱住。张恒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他能清晰感受到林曼妮对自己炽热而真挚的感情。而在不远处，一辆车子停在了众阳山的山脚下，满身狼狈的柳青城拿着火山星辉，兴奋的从车子里走了出来。然而才没走几步，便远远的看到张恒和林曼妮抱在一起，整个身子正在了原地，眼眶瞬间泛红。第四百三十章。 赵如意投靠圣王殿第四百三十章。赵如意投靠圣王殿，柳倾城满心期待的过来，然而看到的却是让他伤心的一幕。远远的，他便看到张恒和林曼妮抱在一起。看到这一幕，柳倾城眼眶瞬间泛红。他朝思暮想的人儿，居然和另外一个性感美女抱在了一起，怎能不叫他伤心？泪水从柳倾城的眼眶中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张恒，我早该知道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现在的你，我已经配不上你了。柳倾城痴痴的站在原地好一会，才挥泪跑回了车上。 当他坐回到车上后，副驾驶位置上的刘小雅看到姐姐伤心流泪的样子，心里微微一突，旋即赶忙问道：“姐姐，你怎么突然哭了？是谁欺负你了？”“没事，是沙子吹进了眼里。”“我们回去吧。”柳青城没有说真话，而是发动车子的引擎，准备掉头回去。“你哭成这样，还沙子进眼里，我不信，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刘小雅一下子就猜到了什么，说着她便要下车去瞧个究竟，却被柳青城直接锁住了车门。“外面风沙大，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你不是要洗澡吗？” 赶紧回去洗澡吧！说着，柳倾城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掉头开了出去。姐姐，你越这样，越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刘小雅打不开车门，便打开车窗，扭头往后看去。她一定要看个究竟。远远的，刘小雅看到了张恒和一个性感美女抱在一起的画面，顿时她什么都明白了。旋即气得俏脸一变，渣男！原来男人有钱了就变坏，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刘小雅下意识的认为张恒有钱了就变成了传说中的渣男，算我看错他了。以后我再也不叫他姐夫。 他不配。刘小雅一脸生气的表情，有些替柳青城愤愤不平。姐姐，你也别哭了，咱不稀罕这种渣男。等会回去，我给你介绍个更好的，比他有钱，比他帅。刘小雅很是气不过的说道：“别说了，我现在只想回家好好洗个澡，将这不愉快的事情忘掉。”柳青城虽然说的很随意，但在开车的时候，泪水止不住的从眼眶里汹涌而出。刘小雅看着柳青城边开车边流泪的样子，心疼的很，又再次咒骂了一遍：“张恒是渣男。” 在柳青城他们开车回去的时候，众阳山的山脚下，张恒已经推开了林曼妮。虽然张恒知道林曼妮喜欢自己，但他并不能接受。曼妮，你很好，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张恒淡淡的说道，他不想耽误林曼妮。我知道你还喜欢柳青城，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林曼妮一脸的倔强和坚持。张恒是他第一个喜欢上的男人，他不想就这样放弃。另外，你要找的最后一种绝品药材——火山星辉，我也一定会帮你找到的。曼妮，你真的不用为我这么拼命。 你也该有你自己的生活。张恒没想到林曼妮会这么坚持。我林曼妮现在的生活就是以你为中心。你如果是地球的话，我心甘情愿当那一颗月亮，一辈子围着你转，不后悔。林曼妮眼眸坚定地说完这句话后，便转身走进了他那辆车里，然后一脚油门踩下去，车子便快速消失在了张恒的视线内。看着迅速远去的车子，张恒暗暗叹了口气。他当初招林曼妮为助手，很可能会害了她一辈子。在张恒还在为儿女私情烦心的时候，赵如意已经乔装打扮，带着儿子张康。 一路来到了华夏最繁华的临海城市天海市。天海市位于长江的入海口，既不属于江南六省，也不属于江北八省，是个独立的直辖市。这个城市的繁华程度能和京城相比，很多国际企业、国际势力都会选择在这里建立分部。而圣王殿的华夏分部就建立在这天海市。在天海市的东湾之滨，有一座占地近三十万亩的宏伟建筑，远看像个王字，近看是一栋王字形状的六楼大型建筑。 这便是圣王殿在天海市分布的办公地点。在这栋庞大的建筑里，每天工作的人就有近五万人，业务种类涵盖一百多种，是华夏前十的巨头集团。这还只是圣王殿在华夏的分布，算上其他国家的分布，足可见整个圣王殿体量有多么的庞大和了不得。终于到了，赵如意站在圣王殿分布的大门口，看着人来人往的宏伟建筑，不禁有些看呆。这么庞大的规模和如此宏伟的建筑，比他们赵家堡还要大上几十倍。仅仅一个华夏的分布就这么庞大。 看来圣王殿的势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赵如意心中激动不已，不过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携圣子而登圣母宝座。想到这里，赵如意的目光坚定了起来，然后牵着儿子张康的手往大门走去。不过很快就被保安拦住了去路：“你是谁？没有工作牌进不去。”那门卫见赵如意眼生，又没有工作牌，便出声拦住了他。然而赵如意可不是吃素的，把你们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叫过来，让他过来亲自迎接圣子。赵如意冷冷,冷地看了一眼门卫，说道：“圣子，哼。” 我完全没听说过圣子，你是来搞笑的吗？赶紧滚，不然我就不客气了。门卫完全没听说过圣子，说着还拿出了一根电棍，想要将赵如意赶走。然而赵如意可不是好惹的，直接一把抓住了那门卫的脖子，然后语气森冷的威胁道：“不想死的话，赶紧按、啊、我说的去办。”那门卫看到赵如意那森冷的眼神，吓得脸色变白。好好，我马上去通知总裁。不过会不会过来见你，我也不能保证。门卫被赵如意的杀气吓得完全不敢反驳，赶紧去，不然我要了你的狗命。 赵如意带着一丝杀气的说道：“门卫挣脱了赵如意的束缚后，赶紧屁滚尿流的跑进去通知总裁去了。圣子驾到，就应该让分部总裁过来亲自迎接。”赵如意眼神里带着一丝高傲，虽然这次过来赵如意是来投靠圣王殿的，但是他可不是那种会卑躬屈膝的人。有圣子在手，他要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妈妈，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稚嫩的张康看着被赵如意吓走的门卫，有点好奇的问道。才六岁的张康长得非常可爱帅气，稚嫩的声音会让人的心软化。 主要是他整个人灵气十足，看着非常的讨人喜欢。当然是为了见你的亲生父亲了，他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人。赵如意看向自己儿子时，眼里少见的流露出了一丝温情和宠溺，是吗？张康稚嫩的脸上表现出了一丝疑问。当然是真的，眼前这个庞大建筑就是你亲生父亲在华夏的一个分部，里面有五万人在工作，都是你父亲的手下。赵如意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眸里充斥着一丝骄傲，对圣王的崇拜和骄傲。那我的亲生父亲叫什么？张康张着一双大眼睛说道：“他叫君临。” 人们称他为圣王。赵如意说到这个的时候，眼眸里少见的流露出了一丝情意。君临是赵如意真正唯一喜欢过的男人，可惜如此强大的一个人，是不可能被赵如意一个女子所束缚的。十几分钟后，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安飞宇在门卫的带领下匆匆赶了过来。虽然安飞宇知道圣王有不少女人，但依然不敢怠慢。离得近了，安飞宇终于见到了赵如意和他手里的那个所谓的圣子。这一眼看去，安飞宇的目光便牢牢的被那个孩子吸引了。 因为他一眼便看出这孩子的体质异于常人，一时间更加的不敢怠慢了。两位让你们久等了，我就是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安飞宇，还请里面谈话。涉及到圣王的私生活，安飞宇不敢擅自做主，所以他想接他们进去，然后通过远程联络圣王，让他自己做主该怎么安排这娘俩。请。赵如意见安飞宇态度不错，心里微微一阵满意。不过凝神看去，居然看不透安飞宇的实力深浅，可见这个分部总裁的实力在他之上。安飞宇带着赵如意和张康一路径直来到了他的总裁办公室。 这总裁办公室非常大，装修的更是豪华。即使是赵如意见惯了大场面，也被豪华的总裁办公室以及一路来所见到的大场面给震惊到了。好在她很快就调整了心态。赵姑娘，我这总裁办公室后面有一间密室，可以直接远程联络圣王本人。因为涉及到他的私生活，所以麻烦您亲自跟他沟通下。安飞宇比较客气地说道。在还未等圣王做出命令之前，他安飞宇不敢随便对待任何一位圣王的女人和孩子。好，能联络到君临，那再好不过了。 赵如意一听能联络到圣王本人，心中抑制不住的激动起来。他也非常想见君临，这一别已经是六年了。很快，安飞宇将赵如意和张康带到了总裁办公室后面的密室里。只见这密室范围也非常大，还有军火器械。另外，靠墙位置处还有一面非常大的电子显示屏，用于视频通话联络用的。安飞宇作为华夏分部总裁，自然有资格联络圣王本人。信息接通了一会后，电子显示屏上终于出现了一个伟岸高大的男子，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面容很是冷峻刚毅，身上隐隐透着一股肃杀之气。这便是圣王殿的殿主君灵。第四百三十一章天选之子。第四百三十一章天选之子。圣王君灵乃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自小便天赋过人，三十五岁便踏入神王境，创立圣王殿后，更是在短短十年间将他做成了世界实力前三的世界顶级组织，可见圣王其人乃是天纵奇才。飞宇，你有何事找我？圣王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威严，虽然是通过电子显示屏在交流。 但从语气上依然能感受到一点压迫。禀报圣王，有一位叫赵如意的女子和张康的孩子想要找你，说是你的女人和孩子。安飞宇说话的时候，将赵如意和张康带到了电子显示屏的正前方。君临，是我，如意，这是我们的孩子康儿。赵如意看到六年不见的君临，很是激动和兴奋。君临也很快认出了赵如意，虽然六年不见，但赵如意保养的很好，本身又是修炼者，所以容貌上几乎没怎么变。君临看到赵如意。 冷峻刚毅的脸上微微展现出了一丝柔情。如意，你怎么会在这里？从这句柔情的问候中可以看出，君临对赵如意还是有感情的。君临，我们赵家堡被一个叫张恒的小子灭了，他还抢了我的产业，我和康儿现在无家可归了，他还扬言要把我们母子斩草除根，我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的。赵如意添油加醋的哭诉了一番，把他们娘俩说的要多惨就有多惨。果然，君临听到这里，顿时一脸的愤怒。好一个张恒！ 敢对我女人和儿子动手！君临的眼里闪过一丝杀气，脸上更是青筋暴突，可见其真的愤怒了。放心，如意，只要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们母子。赵如意听到这里，这才稍稍安下了心。六年不见，君临对他还是很有情意的。他其实也怕，过了六年，君临对他们母子两不闻不问。要真是如此的话，他就没辙了。如意，那张恒什么实力？有什么背景？君临忍着怒意问道。张恒现在是尊神境巅峰的实力，至于背景的话。 他的母亲是天师道的亲传弟子，不过现在隔了这么多年，天师道应该不会在意这么一个人了。赵如意想了想后说道：“其实赵如意对张恒母亲的身份也知之甚少。实则张恒的母亲不光是天师道掌门的亲传弟子，还是天师道掌门楚轩儿的大女儿。然而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从天师道离开。张恒的母亲对外也并没有提及她是天师道掌门女儿的事情，所以外人并不知道她就是云江第一门派的大女儿。就这点实力和地位背景，居然就敢追杀你们母子？” 真是找死！君临的眼里闪过一丝杀气，旋即对安飞宇下令道：“飞宇，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也算是神王境了，灭一个区区尊神境巅峰的人，对你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君临暂时没法从国外回来，所以决定把这件事情就交给安飞宇。而且，一个尊神境巅峰的强者，安飞宇对付他完全绰绰有余，因为安飞宇已经是神王境初期的实力了。圣王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办妥的。区区一个尊神境巅峰的人，都不用我亲自动手。安飞宇躬身领命道。 眼神里透露着一丝自信，很好，灭掉那个叫张恒的小子，另外保护好赵如意母子。等我回来，他们要是少一根头发，我唯你是问。君临丢下这句话后，便想结束这段通话，却被赵如意叫住了。君临，你别急着挂掉，卡尔想多见你一会。赵如意这是想打感情牌，想要登上圣王殿圣母之位。赵如意手里的牌只有卡尔这一张，所以必须要打好这张母凭子贵的牌。圣王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和赵如意的孩子，当年他离开前是知道赵如意怀孕的，所以他很确定这是他亲儿子。 一别六年，没想到我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六年辛苦你了，如意。君临的语气也变得柔和了起来，而赵如意则更是蹲下身子来指着电子显示屏上的君临，叫儿子认道：“康儿，这是你的亲生父亲，快叫爸爸。”张康抬头看着君临，好一会，犹豫了好一会，才稚嫩的叫道：“爸爸。”这一声“爸爸”叫的君临眼里多了一丝宠溺，更是拉近了君临和赵如意母子的关系。赵如意看到这里，心里有了一丝底气。他知道君临在外面有不少女人和孩子。 也知道上位之路非常艰辛，所以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加深母子在君灵心目中的位置。安飞宇看到这里，犹豫了下后，突然站出来对圣王禀报道：“圣王，康二这个孩子天赋异禀，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此话一出，震惊了赵如意和君灵。赵如意因为实力只有化神境，所以并不能看出康二的天赋；而君灵虽然实力达到了神王境中期，但是隔着电子屏幕，根本感受不到康二身上的独特气息，自然也看不出来。只有神王境初期的安飞宇。 通过卡尔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感受到了异于常人的灵气气息。飞羽，卡尔当真是天选之子，你可看清楚了。君临也激动了起来，他自然知道天选之子意味着什么。这种体质，无论修炼什么，都将会变得非常快，很可能仅仅几年便能突破到神王境，最终成就，甚至连圣王都预想不了。赵如意听到这里，更是激动的不行。他自然也听说过天选之子的神奇传说，世界上的每一个天选之子，最后的成就都是成为人上人。 甚至成为人们嘴里说的仙人。安总，你确定康二是天选之子吗？赵如意也忍不住询问道：“应该不会错，我点他任督二脉两处穴位，便能一清二楚了。”安飞宇说着，伸出一根手指，在张康的背后穴位点了一下，然后又点了一下他胸前的穴位。两处穴位一点，张康便如解开了封印的灵童一般，突然整个人身上溢散出了浓郁的灵气，而且这些灵气都浓郁的呈现出了白色。在场的三人看到这里，都忍不住一阵震惊：天生灵体，这只有天选之子才有的。 康儿居然真的是天选之子！赵如意欣喜若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手里的这张牌居然是张王牌。有了这张王牌，那么他成为圣王殿圣母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以后他的未来将一片光明。而君临看到这里也是激动不已，这可是他的儿子。虽然他君临女人不少，孩子也不少，甚至有几个还非常优秀，但从来没有过天选之子。飞宇，你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记你一大功，等我回来后给你奖赏。君临此时再看向张康，眼里更多了一丝喜爱之意。 这儿子将来的成就很可能会超过他。多谢圣王，安飞宇躬身行礼道：“飞宇，照顾好赵如意他们母子。另外，我让卡尔拜你为师，从今天开始你就教他修炼。”君临想了想，吩咐道：“安飞宇，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这卡尔可是天选之子，将来成就不可想象。而且很有可能下一届圣王会由卡尔继承。那作为卡尔的师傅，他安飞宇在圣王殿的地位也将大大提升。这可是个晋升的大好机会。谨遵圣王嘱托，我一定会教好卡尔。并保护好他们母子的。” 安飞宇非常认真地说道。赵如意看到这里也不傻，赶紧将康儿带到了安飞宇面前，教康儿说道：“康儿，以后这安叔叔就是你的师傅了，赶紧给他磕头。”赵如意精明得很，这安飞宇是神王境，在华夏也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由他做康儿的师傅，那就是他们母子在华夏多了一个靠山，而且和这么一个高手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以后他在圣王殿竞争圣母之位也非常的有帮助。张康小小年纪也不懂什么，只是他非常听妈妈的话，随即跪下来给安飞宇磕头道。 师傅在上，请受康儿一拜。这一拜让赵如意、安飞宇以及张康三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都想在圣王殿里往上爬，那么彼此依靠便是最好的办法。好徒儿，快快请起！安飞宇心里很是激动和兴奋。他从来没收过徒弟，但对这个六岁的徒弟非常满意，决定好好培养他，争取赢过圣王的其他几个孩子，先让他登上圣子之位，再继承圣王。到时候，他安飞宇作为圣王的师傅，自然也会跟着沾光。而君临让康二认安飞宇做师傅。 也是有意要安飞宇培养他儿子，天选之子的天赋就应该从小培养，若是浪费了这大好的天赋，那就可惜了。好了，我先挂了，半年后我就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聚一聚。君临满是期待的说道：“君临，我们等你。”赵如意此时对君临的回归也满是期待。远程通话结束后，电子显示屏上君临的身影也渐渐消失了。赵如意看着天真无邪的康儿，越看越是喜欢。张恒，你没想到吧？我手里最大的王牌居然会是一个孩子。 还是你不可超越的存在，你就等死吧！赵如意一想到张恒，心中的杀气就沸腾燃烧了起来。第四百三十二章：一块石头引发的爱情纠葛。第四百三十二章：一块石头引发的爱情纠葛。白起山，千万年前这里是一座火山，熔岩喷出来后不断积累叠加，最终形成了这白起山。一大早，林曼妮带着一百多人来到了这白起山的山脚下。来这偏僻荒芜之地，自然是来找火山星辉的。在整个江南六省中，也只有这白起山是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所以。 火山星辉最有可能出现在这里。林曼妮打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立马带上一百多人来这里寻找火山星辉。快分头去找，凡是外形灰白色、触手温热、还散发着赤红色光芒的石头，都给我找来！林曼妮大声指挥道。很快，她带来的一百多人带着各种挖地工具，开始大范围的在白起山进发搜寻。张恒，即使挖地三尺，我也会帮你找到火山星辉的。林曼妮盯着眼前的白起山，目光执着而坚定。然而，这一百多人在白起山连续挖了一天一夜。 都没有找到林曼妮要找的火山星辉。林总，我们在这里挖了一天一夜了，根本没有找到你要找的那种石头。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吗？其中一名雇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询问道：“再给我挖一天一夜找不到，就给我挖三天三夜。”林曼妮大有一副不找到火山星辉不罢休的架势。那名雇员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只得回山上继续挖去。与此同时，柳倾城这两天来，因为张恒的事情，过得相当伤心。刘小雅担心姐姐,姐出事。 所以就留下来照顾他，还亲自给他做饭吃。饭桌上，刘小雅不断安慰着姐姐柳青城：“姐姐，你就别想着张恒那渣男了。他现在有钱了，是豪门大公子，身边美女如云。昨晚指不定就在那个身材性感的美女床上翻云覆雨呢。”刘小雅一想到张恒跟那个美女抱在一起，就气得想打张恒一顿。我没想他，我和他都已经离婚了，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想跟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柳青城故作坚强地说道，只是泛红的眼眶证明了她在撒谎。这样最好，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 你走你的独木桥，姐姐，你长得这么漂亮，只要你愿意，肯定有一大把男人愿意娶你。柳小雅气不过的说道。柳青城没有出声，而是默默的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块石头，递到柳小雅面前。小雅，这块火山星辉，你帮我转交给张恒。姐姐，你怎么还在为他着想啊？柳小雅很是生气的说道。你在白起山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找石头，而他却抱着女人在那快活，这种渣男不值得你这么为他付出。这火山星辉留在我这里也没用，我丢了也是丢了，还是给他吧。柳青城心里。 还是放不下张恒，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他。反正我不去。刘小雅说着，赌气似的吃了几口菜。柳倾城见刘小雅不想去，犹豫了下后，央求道：“小雅，你把这火山星挥给张恒后，我就保证断了对他的念想。这可是你说的。”刘小雅听到后，这才转过了头来。嗯，我保证，这火山星挥转交给张恒后，我就再也不想他了。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柳倾城忽然举起右手来保证道：“好，你可一定要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刘小雅这才同意帮柳青城将这块火山星辉转交给张恒。若是反悔的话，你就是小狗。柳青城点了点头，只是心里还是会忍不住想念张恒。第二天一早，重阳山，林曼妮开着豪车急匆匆的过来找张恒，因为他在白起山找到了几块跟火山星辉很相似的石头，想交给张恒验证下。一路上，林曼妮心情很是激动。到了重阳山后，便直接跑去了山腰处的别墅找张恒。一阵急促的敲门后，张恒终于把门给打开了。林曼妮见到张恒。 迫不及待地脱口说道：“张恒，我找到了几块你说的那种石头，你看一下是不是你要找的火山星灰？”林曼妮说着，从自己的名贵包包里翻出了四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快让我看看！张恒听到这里也是非常的期待，现在炼制结阴丹的最后一位药材便是火山星灰了，只要找到了这最后一位药材，那么就能炼制出结阴丹了。林曼妮很快就将四块石头递给了张恒，后者逐一接过后，认真的查看了起来，然而很快便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四块相似的石头并不是张恒要找的火山星辉。这四块石头虽然看上去和火山星辉很是相似，但都不是真正的火山星辉。张恒叹了口气，随手将这四块石头丢了出去。林曼妮听到这里，眼眸一暗，她满怀兴奋地过来，收获的却是失望。不过她并不想就这样放弃，随即又对张恒说道：“张恒，你再等我下，我再去白起山找。”说着，林曼妮便转身欲要离开，张恒想叫住她都叫不动。不过就在此时，刘小雅从山下爬了上来。 并往张恒这边的别墅走来。张恒第一时间看到了刘小雅，旋即脸上一喜，走了过去。小雅，你怎么过来了？要不是姐姐叫我把这个石头给你，我才懒得过来见你。刘小雅说着，没好气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灰白色的石头，丢给张恒。张恒下意识的伸手接过了这块石头，顿时眼睛一亮。这是火山星辉。小雅，你怎么会有这块石头的？你从哪里找来的？张恒心中激动不已，万万没想到他差的最后一位药材居然是刘小雅带过来的。 跟着过来的林曼妮看到这块石头也是惊讶了。她在白起山整整寻找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找到了四块相似的石头，可却都不是火山星辉。而刘小雅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火山星辉，让林曼妮很是惊讶。这是我和姐姐在白起山整整寻了一天一夜才找到的。为了这块破石头，她差点从山上滚落，还差点被老虎吃掉。最后为了从悬崖边拿到这块石头，还差点掉下悬崖去。姐姐为了你可谓是豁出命去了，而你却在这里抱着其他女人快活逍遥。 刘小雅说了一大通后，似乎还没消气，又气呼呼地说道：“张恒，你不配做我姐夫，你配不上我姐姐。以后你做你的豪门大公子，别来招惹我姐姐。”刘小雅说完这话后，便生气地扭头就走。张恒看到这里，心中既震惊又感动。他万万没想到，柳青城会为了帮他找这块火山星辉，居然敢大着胆子去白起山寻找火山星辉。可是听到后半句，张恒就有些不理解了：他什么时候抱着美女了？而且看刘小雅这么生气的样子，分明是亲眼见过他抱其他女人。小雅。 你等等，我何时抱其他女人了？我心里只有你姐姐。张恒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了柳小雅的手。你不用解释了，前天早上就在重阳山的山脚下，我和姐姐都亲眼看到你抱着这个女人了。柳小雅说着，用手指了指林曼妮。听到这里，张恒一阵恍然，原来是他们看到了前天早上的一幕。真相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张恒还未说完，柳小雅便气呼呼地说道：“我和姐姐都亲眼看见了，不会有错的。你就是渣男，有钱了就想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这块石头给你后。” 姐姐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张恒一阵无语，正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时候，林曼妮却是走了过来，解释道：“小妹妹，你真的误会张恒了，是我喜欢张恒。那天也是我抱着他，张恒没有碰我一下。不过，你姐姐要是愿意主动退出的话，我也非常乐意。”这话既解释了那天的原委，还激将了一下刘小雅，说的非常有水准。果然，柳小雅心思单纯，哪里是林曼妮的对手？你休想，姐姐才不会把张恒让给你。话刚出口，刘小雅便觉得不妥。 刚刚还说不要张恒的，现在却又想着要把张恒拉到身边。我的意思是，我姐姐不会主动退出的，不会让你得逞。不是，我的意思是……刘小雅自己都有些解释不清了。张恒也不管刘小雅了，直接冲下了山去，然后开动了他停在山脚下的一辆车，他要去找柳青城当面解释清楚。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张恒可不想把她弄丢了。张恒，你去哪儿？等等我！刘小雅说着也追了过去。林曼妮看着张恒匆匆离去的背影，一脸神伤，甚至眼角划过一滴眼泪。以她林曼妮的手段。 完全可以逼得柳青城自己退出，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光明正大的赢得张恒的心。柳青城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男人爱着你。林曼妮用手轻轻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林曼妮为了帮张恒找到火山星辉，在白起山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还发动了一百多人一起找，然而都没有找到火山星辉。而柳青城和刘晓雅两个人仅仅找了一晚上就找到了这火山星辉，可见很多时候是上天注定了结果。有时候林曼妮真的感觉，当年张恒若是入赘到他们林家就好了。 第四百三十三章，妹妹，你不要坏事。第四百三十三章，妹妹，你不要坏事。心中着急的张恒一路开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柳青城住的老家。可是，一进来到屋里，并没有看到柳青城的人。张恒在屋里叫喊了几声后，也没见到柳青城。青城的车还在外面，他应该没出去。张恒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旋即拔腿跑去了二楼。张恒刚跑到二楼，穿着睡衣的柳青城便面色苍白的从卧室里走了出来。青城，你没事吧？怎么脸色这么差？张恒看到柳青城脸色如此难看。 心中一阵紧张，张恒，你怎么来了？柳倾城完全没想到张恒会过来找他，一想起张恒前天抱着其他女人，便不想理他，想要转身回到卧室。可是他现在身子很虚，刚转身便有点头晕的感觉，身子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张恒看到这里，赶紧上去扶住了他，然后下意识的一摸他的手，冰凉刺骨，糟了，阴阳噬灵骨又在吞噬倾城的生命了。张恒情急之下，不管不顾，直接将柳倾城横腰抱了起来，打算立马给柳倾城救治。 可是柳倾城看到自己被张恒抱了起来，却慌乱的挣扎了起来。张恒，你又想干什么？快把我放下来，不然我要报警了！柳倾城本来就对张恒心有怨气，眼下又被他强行抱了起来，自然是反抗的很激烈。倾城，你现在情况很严重，我需要给你治疗一下。张恒颇为认真的说道。我不要你治疗，快把我放下来！你要抱就去抱你那个美女去！柳倾城带着一丝吃醋的生气道。倾城，你吃醋了？张恒听到这里却是反而一笑，我没有，谁会吃你的醋？快把我放下来！ 我等会还要去上班呢。为了掩盖心中吃醋的本意，柳倾城又挣扎了起来，脚上的拖鞋又被他给甩飞了，还说没有吃醋。张恒看了他一眼后，旋即笑着解释道：“我跟林曼妮没有什么关系，她是喜欢我，可是我对她没有意思。前天早上是她抱的我，不过我后来推开了。我的心里只有你，容不下其他女人。”张恒的一番话，相当于再次对柳倾城表白了一番。是个女人听到这番表白，心里都会有所变化，柳倾城自然也不例外。至少她不像之前那么拼命挣扎了。 真的吗？柳倾城弱弱的又问了一遍。其实他也舍不得就此和张恒分道扬镳。当然是真的，我喜欢的一直是你，从来没有变过。张恒说着，低头亲了下去。柳倾城被张恒亲的一怔，起先还有些抗拒，随即便迎合了起来，甚至两条白皙的手臂主动搂住了张恒的脖子。张恒看到时机成熟了，一脚踢开门，抱着柳倾城走了进去。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后脚追过来的刘小雅从楼梯上跑了过来。刘小雅看到张恒抱着他姐姐欲行不轨。 一脸怒气地冲了过去。张恒，你个禽兽，你想干嘛？快放下我姐姐，不然我报警了！听到刘小雅气急败坏的声音，张恒和柳青城这才分了开来。姐姐，我来救你，你不用怕他。刘小雅以为是张恒要对他姐姐用强，急得他赶紧跑了过来阻止。不得不说，刘小雅情急之下力气还是很大的，居然一把扯开了张恒抱住柳青城的手。小雅，你误会了，我没想对你姐姐干嘛。她生病了，我只是想把她抱去床上。张恒只能这样解释了。我不信。 你把她抱去床上，为什么还亲她？分明是想对姐姐欲行不轨。”刘小雅不依不饶地说道。说话的时候，刘小雅还把柳青城从张恒的手里抢了过来，并将他护在了身后。“小雅，张恒他真没对我怎么样，我刚才有点头晕。”张恒看到了就想把我抱去床上。”柳青城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道，“因为他在帮张恒欺骗自己的妹妹，是吗？”刘小雅转头看了一眼柳青城，果然看到他姐姐脸色苍白，不由相信了几分。“当然是真的，我们没有骗你。”柳青城眼神有些闪躲的说道。 既然你头晕，那去医院看看吧，我开车带你过去。刘小雅说着，便拉着柳倾城的手往楼下走去。柳倾城有些无奈，拒绝也不是，答应也不是，只能被刘小雅强行拉着往楼下走去。可是张恒看到这里却是急了，柳倾城的命可等不起，不行了，再让小雅这样胡闹下去，倾城的身体会更冰冷。想到这里，张恒随手掐了一个会让人昏睡的法诀，然后隔空朝刘小雅打了过去。法咒打在柳小雅的后背，下一秒钟，她的脑袋开始沉重了起来。姐姐，我。 我怎么突然头好重，想睡觉。刘小雅话刚说完，眼睛一闭，便直接倒在地上沉睡了起来。不知情的柳青城看到这里，一阵大急：“小雅，你没事吧？小雅，你赶紧起来。”“小雅没事，她只是太困了，就睡过去了。我把她抱去床上睡觉吧。”张恒说着，将昏睡在地上的刘小雅抱了起来，然后朝柳青城隔壁的房间走去。这本来就是柳小雅的房间，里面的床和家具都还在。张恒径直走过去，将昏睡的刘小雅放在了床上。不放心的柳青城跟了进去。 还上前仔细对柳小雅的身体查探了一番，在确定的确没事后，才放下心来。还好小雅没事，吓死我了！柳青城拍了拍胸脯，不过被刚才一下，他的俏脸更是苍白了。小雅只是太困睡了过去而已，倒是你病得很严重，需要我立刻对你救治。张恒说着，再次一把将柳青城给抱了起来。张恒，你快点把我放下来，万一小雅醒了就不好了。柳青城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睡着的柳小雅，心中又羞又急。他暂时不会醒来，足够我救治你。张恒说着，将柳青城抱了出去。 然后顺手将柳小雅的房门关好，张恒抱着柳倾城又回到了他的卧室里。不过柳倾城却很担心张恒，因为上次做过男女之事后，醒来就发现张恒的脸色异常的苍白。他很担心做这种事情会对张恒的身体不好。张恒，你能告诉我我身上到底中了什么毒吗？为什么隔一段时间我的身子就会冰凉虚弱？然后你跟我做过那事后，我的身子就恢复了。这是赵如意的圈套吗？柳倾城想搞清楚自己身上的病情，也不想连累和伤害张恒。放心。 有我在，你不会有任何事情，我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张恒暂时还不打算告诉他，因为一旦告诉柳倾城，他可能就会不愿意了。说话的时候，张恒将柳倾城抱到了床上，后者满脸的娇羞可人。张恒看着秀色可餐的柳倾城，心里被撩动了。脱了衣服后，温柔的扑了过去。第四百三十四章和好如初。第四百三十四章和好如初。柔和的朝阳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在了卧室里，满地的衣服和内衣，还有床尾那撕破的肉色丝袜。 无不显示着昨晚的战况有多么的激烈。粉红色的被子外面裸露着一截雪白的大长腿，柔和的光线照射在这雪白的玉足上，非常的吸引人眼球。忽然，这截大白腿颤动了一下，然后缩回了被窝里。下一秒钟，柳倾城颤动了下长长的眼睫毛，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昨晚和张恒的经历的事情迅速出现在了他脑海里。一想到这里，柳倾城便紧张了起来。张恒<衡>，柳倾城醒来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张恒有没有事情。此时张恒还睡着，不过脸色很是苍白。 显得有些虚弱。柳青城看到这里，俏脸上满是心疼，用手摸了摸张恒的脸，体温有些凉，这让柳青城心下一跳。张恒，都是我不好，又连累你了。柳青城看到张恒这般虚弱的样子，眼眶瞬间红了起来，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满是自责。张恒这是在用命来救他的命，这种付出足以见证了张恒是真的爱他的。柳青城再也没有怀疑了，决定全心全意的接受他。张恒听到柳青城的声音，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到梨花带雨的柳青城，颇有些心疼。别哭，我没事，要不了我的命。张恒说着，伸手擦去了柳青城眼角的泪水，眼眸里满是温情。张恒，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脸色很是苍白。柳青城下意识的抓住了张恒的手，触手感觉有些凉，这让柳青城更是放心不下。我说没事就没事，这点消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倒是你昨晚被我折腾了很久，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张恒坐了起来，颇为关切的说道，同时感受到柳青城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体温了。 暗暗松了口气，看来昨晚的救治还是有效果的，这也让张恒放下了心。你还说，我到下面都还有点疼。柳倾城满面红霞的嗔怪道：“还不是你太美了，我控制不住。”张恒笑着说道：“不许你再说了，不然我打你。”柳倾城娇羞的举起了粉拳，佯装要打的样子，但心里却很是甜蜜。好,好，我不说了，下次我温柔点。张恒说话的同时，一把将柳倾城搂了过来，然后趁他不注意，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你还亲我，没有下次了，你个坏蛋！柳倾城一副娇羞可人的模样。 旋即看到张恒脸色依然很苍白，又很是心疼的说道：“张恒，你再多睡一会吧，我给你做早饭。你想吃什么？”柳倾城想给张恒好好补一补，让他尽快恢复身子。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张恒一脸温柔的说道：“那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做早饭，等会我给你拿上来。你多休息一会。”柳倾城说着便想下床，可是看到满地的衣服，还有那被撕破的丝袜，俏脸微微一红，因为昨晚疯狂的事情让他很是羞涩。不过为了给张恒补身子，柳倾城还是很快穿好了睡衣。 然后拖着拖鞋便往楼下走去，离开时还把门给张恒轻轻关上，好让他安静的多睡一会。可见柳青城很是细心的，对张恒也是真心关心他。柳青城离开后，张恒盘膝坐了起来，感受了下体内被消耗的灵力，眉头皱了皱，因为这次跟柳青城圆房，让阴阳噬灵骨吞噬了他六成的灵力。上次跟青城圆房，被阴阳噬灵骨吞噬了一半的灵力，而这次圆房居然吞噬了我六成的灵力，看来这阴阳噬灵骨在倾城的体内在成长。 下次可能要被吞噬七成的灵力了。想到这里，张恒心中有些急躁。这说明阴阳噬灵蛊在柳青城的体内在成长，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同时意味着以后每一次圆房可能都要被阴阳噬灵蛊吞噬更多的灵力。好在我能用万千道法迅速补充灵力。另外，我集齐了炼制结阴丹的所有药材，等突破到了神王境，情况应该会更好一点。张恒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还是很担心。阴阳噬灵蛊在柳青城的体内一天天成长，总有一天张恒会喂不饱他。 到了那时候，也就是柳青城的死期了，得赶紧想办法将这该死的阴阳噬灵骨给取出来。张恒暗暗皱眉，这阴阳噬灵骨就是定时的炸弹，随时会在柳青城体内爆炸。不过在这之前，张恒还是得先恢复体内的灵气。想到这里，张恒在床上盘膝打坐了起来，开始吸收周围的灵气来恢复自己。在张恒盘膝打坐的时候，柳青城则在楼下的厨房里为张恒忙活早饭。为了给张恒补身子，他还特地取出了一根珍藏多年的老参，给张恒熬个人参粥吧。 给他补补身子，再做一些他爱吃的小菜。柳倾城宛如一个小媳妇一般，一大早就在厨房里忙活了开来。整整一个小时后，柳倾城才把这一切都做好，然后找来了一个托盘，将人参粥、三个小菜都放了上去。只是当柳倾城拿着托盘走到楼上的时候，刘小雅打着哈欠从她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柳倾城拿着丰盛的食物走上来，眼睛微微一亮：“姐姐，你给我做了好吃的吗？我尝尝。”刘小雅说着便伸手想要去拿食物，却被柳倾城侧身给避开了。 这不是给你吃的，你的在下面。”柳青城一脸认真的说道。“不是给我吃的，那给谁吃的？”刘小雅很是好奇的问道。“这是我自己吃的，你先下去吃你那份吧，在厨房里，不然就凉了。”柳青城眼神闪躲的说道。柳青城怕讲真话会让自己的妹妹又讨厌张恒，甚至将张恒赶出去，所以他就说这早饭是给他自己做的。姐姐，你不是早饭吃很少的吗？今天这么一大碗粥，还有三个菜，你吃得完吗？”刘小雅满是狐疑的说道。“我今天胃口好，你先去下面吧。”柳青城赶紧朝他挥了挥手。 刘小雅有些狐疑，因为姐姐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早饭，而且还是人参粥，她更是不爱吃。刘小雅心中虽然疑惑，但没有讲出来，而是转了下眼珠子后，假装答应道：“好吧，那我先下去了。”刘小雅说着往楼下走去。柳倾城看到柳小雅下楼去了，这才暗暗松了口气，然后打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张恒，我给你做好早饭了，是人参粥，还有你爱吃的小菜。柳倾城关上房门后，将食物逐一放在了书桌上。张恒闻到食物的香味后，忍不住嗅了嗅鼻子，好香。张恒说着。 披了一件衣服，来到了书桌前。这是人参粥，能补神气，你快尝尝吧。柳倾城说着，将那碗人参粥递到了张恒面前，俏脸上满是期待之色。好，张恒点了点头，旋即接过这人参后粥尝了起来。柳倾城做的粥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张恒忍不住一口气将它喝完了。张恒，你喝慢一点。柳倾城怕张恒吃的太快，喝完了，非常好喝。张恒心里满是幸福的感觉。话音刚落，卧室的房门突然被人给推了开来，然后刘晓雅出现在了门口。 我就知道，姐姐你有秘密，果然被我猜对了。刘小雅目光盯着张恒，有些愤愤不平：“姐姐，你怎么给这人渣做早饭啊？你难道不记得前几天的事情了吗？昨晚他还想抢你，你怎么还对他这么好？”被刘小雅发现了张恒的存在，柳倾城当即一阵心里紧张。小雅，前几天的事情是个误会，这都解释清楚了，咱就没必要纠缠了。至于昨晚他亲我，我是自愿的。柳倾城忽然红着脸说道：“昨昨晚你是自愿的？”刘小雅一阵愣神，这个回答让她很是意外。 这个时候，张恒也站了起来。小雅，你就别纠结了，我和你姐姐是不会分开的。张恒忽然抓起了柳青城的手，说道。而柳青城也满是爱意的看着张恒。刘小雅看到这里，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你们早就和好了，还瞒着我不说。刘小雅其实打心眼也同意张恒和柳青城的，可是前几天看到张恒抱着那女人，她就很生气。张恒，你下次要是再敢欺负我姐姐，我就没这么好说话了。放心，不会有下次。张恒嘴角微微一扬，旋即又对刘小雅说道：“小雅。” 我重阳山那里还有很多画，你有空去我那里挑几幅吧。刘小雅一听到，顿时喜上眉梢。好吧，既然你这么贿赂我，我就暂时原谅你了，暂时还认你当姐夫吧。柳青城和张恒看到这里，相视一笑，两只手却握得更紧了。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很快就又要被打破了。天海市的圣王殿分部在总裁办公室，安飞宇和赵如意两人密谋着一些事情。安总，你打算什么时候对付张恒？赵如意现在恨不得立刻杀死张恒，将他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赵夫人。 你放心，你失去的我会帮你夺回来的。另外，张衡区区一个尊神境巅峰，还不够资格我出手对付。安飞宇自视甚高，顿了顿后继续说道：“在江南六省，我们圣王殿威望很高，也有非常多的从属武盟和势力。只要我发出圣王封杀令，整个江南六省都会对他展开疯狂封杀，到时候他就会被江南的武盟高手联手杀死。如此，我们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的除掉张衡，同时也解了赵夫人的心头之恨。”赵如意听到这里，忍不住点了点头：“很好，就按你说的做。” 另外，我想先去趟法院，你亲自保护我。我想拿回被张恒夺走的财产。赵如意早就想去法院做公证，拿回自己的财产了，但怕张恒找到他，所以就一直没敢露头。而现在有安飞宇这个神王境高手保护他，所以赵如意就不怕张恒追杀他了。没问题，我亲自保护赵夫人去法院。张恒要是敢来追杀你，我定让他有来无回。安飞宇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气。第四百三十五章下午就去复婚。第四百三十五章下午就去复婚。圣王封杀令。 那是圣王殿最高级别的封杀行动，一旦圣王封杀令一出，那被封杀的那个人会遭到无休止的圣王殿从属武盟以及圣王殿本部势力的追杀。历史上，圣王封杀令只发出过四次，每一次出手，要么就是一个大家族的陨落，要么就是一代高手的陨落，无一例外。可见圣王封杀令有多么的恐怖和厉害。与此同时，赵如意在安飞宇的陪同下来到了江南法院，提交了他还活着的证明，并要求将他的财产从张恒手里变更回来。 当初张恒就是打着赵如意死亡，他用继子的身份继承了赵如意的财产。而现在赵如意去法院证明他还活着，那么他的财产张恒就没法再继续继承了。有圣王殿一路保驾护航，又加上赵如意的确证明了他还活着，所以他的财产也就相应的变更回到了赵如意的名下，包括他在柳氏集团的股份。柳国栋和王芬最近心情不错，因为听刘小雅说，他们的大女儿柳倾城又和张恒在一起了，似乎感情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两夫妻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又在商量着什么？倾城可算是想通了。张大少现在身价万亿，我们傍上他以后，我们就能飞黄腾达了。王芬一脸兴奋地说道。一想起未来穿金戴银的美好生活，王芬就止不住的激动起来。是啊，有了这张大少做我女婿，家族里谁还敢瞧不起我柳国栋？就连你娘家人，估计也得过来拍我们马屁。柳国栋也是一脸的向往和意淫。柳国栋没什么本事，窝囊了大半辈子，就想着靠找一个金龟婿来翻身。之前张恒是个窝囊废，家族弃子，让他当女婿。 反而是丢脸，柳国栋自然是嫌弃的很。而现在张恒在家族内斗中赢了，姚申仪变成了身家万亿的张家大少，这让柳国栋迅速转变了态度和看法。不过，他们现在感情虽然恢复了，但没有复婚重新领证，始终是个隐患。王芬想了想后，一脸担忧的说道：“是啊，男人有钱就变坏，这点咱们得考虑进去。何况还是万亿身家，我们得再劝劝倾城，让他跟张恒赶紧复婚，然后重新领证。只要领了证，那就有了保障。”柳国栋也是皱眉提醒道。 那还等什么？赶紧打电话吧！王芬着急地催促道：“你打吧。”秦城不听我的，柳国栋推脱道：“真是没出息，让你打个电话都不敢。”王芬说着，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拨通了柳青城的电话，打了过去。此时，柳青城和张恒正好在一起做饭。自从误会解除后，张恒一连好几天都跑去找柳青城，彼此的感情迅速上升，俨然处于热恋期。柳青城刚洗完菜，便接到了他老妈王芬打过来的电话：“是我妈。”柳青城看了一眼张恒，这才接了起来。 妈，你找我什么事情？倾城，妈听小雅说，你跟张恒又和好了是吗？王芬通过电话试探的问道。嗯，是和好了。怎么了？柳倾城下意识的回道。是这样，既然和好了的话，那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复婚吧，把结婚证重新领一下。王芬犹豫了下后，还是脱口说道。复婚领证吗？柳倾城其实也想跟张恒复婚领证，甚至还想和张恒一起生个孩子，但是必须得经过张恒同意才行。是啊，听妈的，赶紧和张恒复婚领证。身家万亿的大少爷。 你可不能错过了！王芬再次通过电话劝说道：“我知道了，这个复婚我得和张恒商量下，等商量好了再答复你。”柳青城没敢直接回复，他想跟张恒商量过后再回应他母亲。好，那我等你们商量，快点回复我。”王芬满是期待的说道。柳青城挂掉了电话后，转头看向了正在切肉的张恒，犹豫了下后说道：“张恒，我们复婚吧，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张恒耳力惊人，自然听到了柳青城和王芬的对话，随即转过头来对柳青城说道：“复婚是你想跟我复婚？” 还是你妈的意思、啊。其实我也想跟你复婚，最好我们再要个孩子。柳青城说着，俏脸红了起来。张恒看到这里，嘴角微微一扬。行，那我们就复婚。不过复婚后，我想带你去京城生活。张恒把他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张恒实在不想看到柳国栋和王芬那两人。柳青城听到张恒答应跟他复婚，心中激动不已。没问题，反正这边还有小雅在照顾父母，应该不成问题。到时候我就跟你去京城生活。柳青城现在心里只想着跟张恒在一起。张恒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好，等复婚后去了京城，我想再给你办一场婚礼，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我们张家的大门。张恒笑着说道。当初张恒是入赘到柳青城家的，没有一场像样的婚礼，而现在他有能力了，自然想给柳青城补办一场风光的婚礼。听到这里，柳青城满是幸福和开心的神色。那我就回复我妈了。柳青城又跟张恒确认了一遍，在得到张恒的确切回复后，柳青城这才拨通了王芬的电话号码。云山别墅内，王芬和柳国栋。 正忐忑不安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柳倾城打来了电话，两夫妻心中激动不已，但同时又有些忐忑，生怕答案不是他们想要的，赶紧接吧，还磨蹭什么？柳国栋催促道：“那我可接了。”王芬说着，颇为紧张地将电话给接了起来。“倾城，你和张大少商量好了吗？”这话一问出口，坐在旁边的柳国栋也忍不住靠了过来，想听听电话那端女儿的回复。“商量好了，张恒答应会跟我复婚的，不过我们复婚后想去京城定居。”柳倾城将张恒的意思告诉了王芬。 去京城定居啊！王芬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柳国栋，而柳国栋则是对他点了点头，意思是没问题。好，没问题，只要复婚领证就行。你们爱去哪定居就去哪定居。王芬满心欢喜地应道：“只要柳倾城跟张恒复婚领证，那么他们以后就有用不完的钱了。至于柳倾城和张恒在哪里定居，他们才不会太过关心。”倾城，既然你们商量好了，那趁热打铁，赶紧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重新领一下。”王芬激动地说道。王芬想趁热打铁。 将张恒这位万亿大少爷彻底绑在他们家。好，下午我们就去民政局重新领证。柳青城通过电话说道：“那太好了，领完证到妈这里来，妈亲自给你们做菜，好好庆祝一下。”王芬兴奋地说道：“那就先这样吧。”柳青城说完这话后便挂了电话。王芬和柳国栋听到女儿柳青城和张恒下午就去民政局复婚、重新领证，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激动。太好了，张大少这个万亿金龟婿最终还是要落在我们身上。柳国栋听到这里，满心的激动。 以后出去，谁敢瞧不起他？柳国栋，而王芬却想着以后靠着这张家大少就不愁没钱花了。两夫妻都在做着白日梦。然而就在此时，柳国栋的电话响了起来，下意识的就接了起来。“国栋啊，家族集团有股东人事变动，法院也来人，你和王芬赶紧过来下。”是老爷子柳振南的声音。“好，我们马上过来。”柳国栋挂掉电话后一阵疑惑：“怎么了，国栋？老爷子找我们什么事情？”王芬忍不住好奇的问道：“没事，家族集团说是有股东人事变动。” 法院还来人了，估计是某个小股东把股份卖给别人了，法院来公证下。柳国栋下意识的说道：“那行吧，我们早去早回，回来还得给倾城和张大少做饭庆祝呢。”王芬也没多想，想着早去早回，现在讨好张大少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第四百三十六章，张恒被打回原形了。第四百三十六章，张恒被打回原形了。柳氏集团的大会议室内，此时坐满了不少股东，老爷子柳振南、大伯柳建义、三叔柳成业都在，其他股东也都来了。 柳国栋和王芬是最后两个到的。老爷子，你这么急着叫我们来干嘛？柳国栋很是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也是在座的其他人想问的。法院来人了，说是有些股份上的事情要跟我们宣布。柳振南自己也不太清楚，因为对方没有告诉他。法院的人，难不成是有人要卖股份？现场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想法。暂时还不清楚，法院的人很快就到了，我们再等等就知道了。老爷子柳振南坐在首位等着，那就再等等吧。众人点了点头，也只能如此。大伯柳建义环视了一圈众人后。 发现现场少了一位重要的股东，便忍不住出声道：“咦，这张恒张大少怎么还没来？这股东大会怎么能少得了他呢？”柳建义可还想着跟张恒攀交情呢，他不来就少了攀交情的机会。是啊，这张大少怎么还没来呢？三叔柳成业也忍不住出声问道：“这两位可都是想着借开股东会的机会，好跟张大少亲近亲近，他不来就没了这个亲近的机会。”柳国栋听到这里，却是得意的一笑：“大哥、三弟，你们不用等张大少了，今天下午。” 他要和我家倾城去民政局复婚领证，所以这股东大会可能就不过来了。柳国栋说话的时候，特别把复婚领证几个字说的特别响亮，为的就是让在场众人都知道，这张大少将是他柳国栋的乘龙快婿了。果然，这话一出口，在场众人都一阵震惊，就连老爷子柳振南也惊到了。张大少跟你们家倾城复婚了？大伯柳建义不敢置信的问道。三叔柳成业也是一脸的震惊之色，他这次过来还打算再次邀请张大少去他家吃饭。 没想到居然被柳国栋给抢先一步了。不错，下午他们就要去民政局重新复婚领证了。不好意思，各位，这张大少已经是我柳国栋的女婿了，以后还请大哥、三弟就不要惦记了。柳国栋一脸的得意模样，如此一个豪门金龟婿，说出去就是有面子，也让他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王芬看到这里，想起了什么，也是忍不住站起来，出声提醒道：“对了，几位侄女，你们也别惦记张大少了，还是好好找个人家嫁了吧。像张大少这种豪门大公子，不是你们能高攀得起的。” 也只有我们家的倾城和他是郎才女貌。这一番话说的，在场几位亲戚一阵气闷。这叫什么话？分明是想要炫耀，但也只能憋着。谁叫人家现在背后有了一个豪门女婿？那就恭喜二弟了，钓到如此一个金龟婿，真是有福气。柳建议虽然心中气闷，但表面上还是说的很客气，因为以后可能还有事得求着柳国栋帮忙，毕竟他现在身后可是有着张大少撑腰。二哥，恭喜你了！顺便帮我问问张大少，还有没有豪门公子的朋友，给我家女儿介绍介绍。柳成业心中虽然也很不甘心。 但也是不得不站出来巴结道：“谁叫柳国栋现在有个豪门金龟婿帮他撑着场面？”就连老爷子柳振南也出声对柳国栋说道：“国栋啊，下次你让倾城和张大少去我那里吃个便饭，好咧吧？我明天就让他们俩去你那里孝敬孝敬你。”柳国栋此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以前一直压着他的大哥和三弟，现在反过来要求靠他了。就连老爷子对他的态度也大为改变，顿时让他的虚荣心极度爆棚。大哥、三弟，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情，以后有什么忙我能帮就会尽力帮的，我帮不上。 我女婿张恒肯定能帮上你们。柳国栋此时非常得意，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王芬也是挺直了腰，感觉终于靠着张恒这个金龟婿，在这帮亲戚面前长脸了。然而就在此时，法院的人突然带着文件走了进来。法院的人来了，都安静下吧。老爷子柳振南忽然出声道。很快，一个戴着眼镜、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他便是法院代表人唐晨。各位，我是江南法院的代表人，这次过来是要宣布一项关于你们柳氏集团的股份变更事宜。 唐晨清了清嗓子后，继续宣布道：“现在我宣布，张恒在柳氏集团的三十股份正式作废，赵如意将重新拿回这三十的股份。”宣布完毕，话音刚落，在场众人都一阵哗然。赵如意不是死了吗？他怎么还活着？柳国栋一脸的不敢置信，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王芬也是脸色大变，感觉刚升起的一抹希望又将破灭了。柳建义、柳成业以及老爷子柳振南也同样很是震惊。法院代表赵如意是还活着吗？他们齐齐问道。对，赵如意还活着。 而且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张恒没有资格继承他的产业。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张恒已经被圣王殿下了封杀令。所以，你们还想好好活着的，就不要跟张恒有来往，免得到时候被圣王殿同样针对封杀。好了，我宣布完了，这是法院的股份变更文书，你们留着自己看吧。法院代表说着，留下了一份股份变更文书，然后便转身离开了。柳国栋第一时间将那份股份变更文书抢了过来查看，上面果然写着赵如意重新拿回在柳氏集团的三十股份。 而张恒则什么都没有了。看到这一幕，柳国栋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这，这张恒一下子又被打回原形了，还被圣王殿封杀了。柳国栋的心态一下子从天堂掉回到了地狱。王芬也是一脸的不敢置信，心态也是拔凉拔凉的。我的金龟婿就这么没了。王芬喃喃自语着，一脸的失魂落魄。而柳建义和柳成业在确认了这一事时候，忽然暗暗松了口气。幸好这张恒没有成为我的女婿，不然就要被他连累了。 圣王殿可是国内排行前十的集团，即使放眼全球，那也是世界顶级集团。被他们封杀，这张衡算是完了。是啊，圣王殿可是非常的厉害的。我可听说，这圣王殿封杀令一出，没有人能好过。之前江南有个排行前三的房地产大鳄江家，就因为被圣王殿封杀，导致一年内就破产倒闭。还有，我听说有个江湖高手叫大龙的，在江南打遍天下无敌，也因为被圣王殿封杀，最后导致惨死在湖里。众人听了这些传说，都一个个的惊恐莫名。 对圣王殿更是恐惧不已，在场的都是普通人，面对圣王殿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吓都吓死了。柳国栋和王芬每听他们说一句，心里变凉一分，到最后已经被吓得全身发凉了。幸好我家闺女没有嫁给张恒，不然咱们一家就全完了。柳建义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向柳国栋和王芬：“是啊，是啊，幸好这所谓的金龟婿咱们高攀不起，不然我们也要跟着倒霉了。”柳成业也故意提高了声音，为的就是讥讽柳国栋他们。柳国栋刚才有多得意，现在就有多落魄。 而且现场很多人看到他们都离得他们远远的，生怕被他们给牵连。毕竟圣王殿他们可惹不起。不行，不能让倾城和张恒复婚领证，我们得赶紧阻止他们。就在柳国栋快绝望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事情还有一丝转圜余地，那就是让柳倾城不要和张恒复婚。如果不复婚的话，那么这张恒就连累不到他们了。说着，柳国栋赶忙抬脚往外跑去，生怕跑慢了一步脑袋就要掉了。王芬也跟着跑了过去，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阻止自家女儿倾城和张恒复婚领证。第四百三十七章，张大师生气了，后果很严重。第四百三十七章，张大师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张恒和柳倾城吃完午饭后，便携手去了民政局。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已然处于热恋期。柳倾城还是头一次尝到如此甜蜜的爱恋味道，自然是一头便陷入了进去。张恒，你说以后我们要是生小孩的话，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柳倾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已经开始在憧憬美好的未来了。男孩女孩都行。 最好是生一窝。”张恒笑着说道，“你当我是猪啊？我才不给你生一窝！”柳倾城娇嗔道，可是脸上满是幸福的味道。半个小时后，张恒和柳倾城终于开车到了民政局。不过今天结婚登记的人有点多，他们只能在外面等了。今天好多人哦！柳倾城看着长长一排队伍，莫名的有些着急。他想快点跟张恒重新在一起，不急，先等等吧。张恒说话的时候，顺势牵住了柳倾城那柔软白皙的手。“那就等等吧。”柳倾城紧握着张恒的手，眼眸里满是爱意。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对又一对的新人结婚登记完毕，很快就轮到了张恒和柳倾城。好了，张恒，轮到我们了。柳倾城看到广播里叫到他们了，心中一喜，旋即牵着张恒的手，迫不及待地往结婚登记室走去。虽然以前也和张恒来这里结婚登记过，但是却没像今天这般开心和兴奋。走吧。张恒点了点头后，也准备进去。然而就在此时，柳国栋和王芬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倾城，你不能跟着张恒结婚登记。柳国栋跑得很快，一把拉住了柳倾城的胳膊。还好。 终于赶上了，看到柳青城和张恒还没有领证，暗暗松了口气，旋即站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喘气起来。显然刚才他跑得有多么的着急。在柳国栋后面，王芬也急匆匆的跑了过来，可惜他体力不济，落在了后面。爸，你干嘛不让我和张恒登记结婚啊？不是你们说让我跟他复婚的吗？柳青城很是不情愿的说道。张恒皱了皱眉，感觉这其中有蹊跷。柳国栋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柳青城，而是喘了一回气后才说道：“赵如意没死，他拿回了柳氏集团的三十股份。” 另外还让圣王殿封杀了张恒，现在张恒正被圣王殿封杀，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死。听到这里，张恒和柳青城都一阵震惊。不过张恒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看来赵如意真的投靠到了圣王殿，怪不得有胆子出来拿回产业了。而柳青城却是不太相信：“爸，你搞清楚了吗？圣王殿怎么可能会封杀张恒？柳青城对于圣王殿的恐怖传说还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几年前江南房地产大鳄江家就是被圣王殿封杀倒闭的。 万亿家产瞬间全无，法院的人都说了不会有错的。幸好你们还没有复婚领证，你现在赶紧离开张恒，这辈子也不要再想着和他复婚领证了。在柳国栋想来，张恒是不可能斗得过圣王殿的，所以他必死无疑。柳国栋说话的时候，把柳倾城用力拉扯了过来，可是柳倾城却不愿意放手张。张恒，我不走，我这辈子只嫁张恒。柳倾城说着，一把甩开了柳国栋，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张恒的手臂，一副不愿意离开的样子。 你真是气死我了！现在张恒被圣王殿封杀，随时都会被人杀死，你跟着他也会被连累的，说不定哪天起来自己的尸体就在河里漂着了。柳国栋气得脸色都白了。这个时候，王芬也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倾城，听妈的话，赶紧跟我们回去。这张恒现在又被打回原形了，手里的股份、家产全被赵如意拿回去了。他现在又变回那个窝囊废了，而且还被圣王殿封杀。你不能再跟着他了。”王芬说着，想要去拉柳倾城的手，却被他给甩开了。“爸妈，我不会回去的。” 我已经是张恒的人了，生是张恒的人，死是张恒的鬼。柳青城顿了顿后，又眼眸坚定的说道：“无论张恒有没有钱，是不是被圣王殿追杀，我都要跟他在一起。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柳青城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让张恒一阵感动。他没想到柳青城对自己如此情真意切，得妻如此，夫复何求？然而柳国栋和王芬听到这里，却是气得要死，因为他们忽然想起老房子那一晚，是他们推着张恒，将他送入了自己女儿柳青城的房间，下意识的认为。 是那一晚，张恒把他们的女儿给上了。想到这一幕，柳国栋后悔的自扇了几个耳光。青城，不管你是不是张恒的人，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柳国栋气得大喝道：“我不回去，张恒去啊，我就去哪！而且我跟他复婚是你们同意的，今天我就要跟他复婚领证！”柳倾城抓着张恒的手臂，一脸决绝,绝的模样。王芬看到这里，暗暗下了狠心，旋即从身上拿出了一把剪刀，然后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青城，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回去，你妈，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王芬这次是下了狠心。 必须要带柳青城回去。张恒现在被圣王殿封杀，不光会连累柳青城，也很可能会连累他们。柳国栋和王芬可不想因此被圣王殿的人不明不白的杀死。柳青城看到王芬拿出剪刀，以性命相威胁他，他不由一阵痛苦。爸妈，你们不要逼我！柳青城现在心里痛苦不已，一边是父母，一边是自己最爱的人。我今天就是要逼你，你到底是要自己的父母，还是张恒？王芬气得脸都扭曲了。今天要是不下狠心把柳青城带回去， 那很可能明天他们就要死一全家。张恒看到这副场面，也知道柳青城的难以抉择，而且他暂时也不想连累柳青城。青城，今天咱们就不复婚了，等下次有机会了再复婚。张恒淡淡的说道：“今天你就跟你父母回去，等哪天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再风风光光的来迎娶你。”张恒这也是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先解决掉了这圣王殿和赵如意，如此才能和柳青城顺顺利利的复婚领证。可是柳青城不这么想，以为张恒不要他了，眼眶瞬间变红。 还有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张恒，你不要我了吗？我不介意跟你一起吃苦。柳倾城的手死死的抓着张恒，不想就这样回去，一脸的哀求。倾城，我不会不要你的。等我灭掉了圣王殿，就会风风光光的来迎娶你。等我。张恒眼神柔软的说道，还伸手擦去了柳倾城眼角的泪水。说完这话后，张恒心痛的把柳倾城推给了柳国栋和王芬。张恒不想让柳倾城痛苦的做出选择，更不想连累他，所以只能暂时让柳倾城离开他。张恒，我不要回去。 我要跟你在一起。”柳倾城说着，又想走去张恒身边，然而却被柳国栋和王芬死死的拉住了。“倾城，我们赶紧回去吧。张恒现在自身难保，你跟着他只会死路一条。”柳国栋使出了吃奶的劲，才将柳倾城给拉住。王芬也拼命的往后拉扯，两个人使劲，这才把柳倾城给拉了回去。“倾城，你先回去吧，等我，等我回来娶你。”张恒眼神认真的说道，旋即不想再看到柳倾城为难的样子，便先一步离开了。柳倾城看着张恒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内，痛不欲生。 满脸泪水，而张恒内心也不好过。本来心情好好的，却被圣王殿和赵如意这样一搞，顿时杀气上冲。圣王殿，这是你自找的，不灭了你，我誓不罢休！张恒忽然握紧了拳头，眼里闪过浓浓的杀气。第四百三十八章圣王封杀令。第四百三十八章圣王封杀令。张恒从民政局离开后，便第一时间回去了重阳山。他准备着手炼制结阴丹来突破修为，只要突破到了元婴境，那就不怕圣王殿的封杀了。 不过，提前得知了消息的林曼妮和常廷叶却在众阳山的山脚下着急的等他回来。看到张恒终于出现了，赶紧走了上去。张大师，我们收到消息，圣王殿对你发出了圣王封杀令，你现在什么打算？常廷叶满心焦急的问道。身为武道世家，常廷叶自然知道圣王殿封杀令的可怕，这才着急的想见张恒。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好怕的。张恒淡淡的说道，他有自信能应付这一切。而常亭叶和林曼妮这次对张恒却是不太有信心。 实在是圣王殿的势力太过庞大了，实力也非常恐怖。先不说国外的圣王殿是目前世界上前三的势力，就单单说国内的圣王殿分部，那也是华夏排行前十的大集团。分部总裁安飞宇更是一名神王境的大高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人敢得罪他们，因为谁得罪他们，就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林曼妮此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她也是知道圣王封杀令的可怕的。张恒，要不你暂时去国外躲一躲吧，这圣王殿的圣王封杀令不是闹着玩的。 林曼妮很是焦急的说道：“林曼妮万万没想到圣王殿会突然出手要杀张恒，她现在很担心张恒的安危。不用，我就在这种阳山，他们想杀我就尽管放马过来，看看是他们死还是我死。”张恒眼里闪过一丝杀气，他可不是好惹的，就是圣王殿敢惹他，那也只有等着被灭的下场。长亭夜见张恒要跟圣王殿硬扛，顿时紧张了起来。张大师还是听林总的吧，先去国外躲一躲。圣王殿的圣王封杀令，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两年前。 江南房地产大鳄江家，就是因为被圣王殿下了圣王封杀令，不到一年，万亿家产就破产倒闭，而他本人更是被逼得跳楼自杀。还有四年前，江南第一高手大龙，听说实力已经到了尊神境巅峰，在江南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自诩无敌天下，最后还是被下了圣王封杀令，一个月后便死在了湖上。还有之前江南第一大门派玄武盟，也因为被圣王殿下了圣王封杀令，导致一个月内宗门被夷为平地。还有秦家，他们是三百年来的古武世家。 势力横跨国内国外，黑白两道通吃。但就是这样底蕴深厚的古武世家，联合江南很多的家族和势力抵抗，但在圣王殿的圣王封杀令下，只坚持了不到半年，也被踏平。其他联合的势力也被圣王殿一并抹掉。圣王封杀令一共出现了四次，无一例外都将对方弄死了。常平夜现在很是担心张恒的安危，实在是这圣王封杀令太过恐怖了。张恒，这个时候你就别逞强了，还是去国外避一避吧。我给你买了飞大陆的机票，那里圣王殿的势力稍微小一些。 等避过了风头，再回来就可以。林曼妮见张恒无动于衷，于是又忍不住出声劝说道：“要知道，这圣王封杀令一出，没有人可以逃过被杀的命运。怎么，你们怕了？如果怕被我连累的话，大可以现在离开。”张恒淡淡的说道。长廷叶和林曼妮心中的确对圣王殿非常恐惧，但对张恒也是绝对的忠心。张大师，我长廷叶曾发过誓，我们常家生生世世供张大师驱使，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长廷叶说着，眼神认真的跪拜了下来。 这辈子，我们常家都不会离开张大师的。若有圣王殿的人来袭，我们常家愿与张大师共存亡。这一番话说的掷地有声，长廷叶自选择跟随张大师，这个决定就不会改变。张恒，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会动用一切的关系来保住你。林曼妮一脸认真的同样表示道：“她爱张恒，所以这次林曼妮打算豁出命去，也一定要将张恒保下来。”张恒看到长廷叶和林曼妮那坚定的眼神，嘴角微微一扬：“既然如此，那我们还怕什么？圣王殿要战，那我们便战。”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旋即，张恒眼眸凝重的继续说道：“我要在山顶炼丹，你们给我在山下守好，有人来攻就躲进重阳山里。有囚龙阵，他们一时半会打不进来。”张恒暗暗庆幸，之前为了对付赵顺，在重阳上布置了囚龙阵，此时正好能用上。而常廷烨和林曼妮听到这里，顿时也热血上冲。好，张大师你放心炼丹，我们就是死也不会让他们上山来一步。”常廷烨拍着胸脯说道：“张恒，你放心，我也会誓死帮你守护着。”林曼妮不甘落后的说道。 张恒点了点头，旋即脚尖轻轻一点，飞去了山上。在去山顶之前，张恒将所有炼制结阴丹的药材都拿了出来，然后一并带到了重阳山的山顶。张恒已经好久没来这重阳山的山顶炼丹了，不过一切工具都在，包括炼丹炉也在。只要成功炼制了结阴丹，就能顺利突破到元婴境了。到时候圣王殿也奈何不了我。想到这里，张恒赶紧盘膝坐了下来，然后在地上画了一个三昧真火的火符，并将炼丹炉放在火符上。炼制结阴丹需要三昧真火。 以我尊神境后期的实力，应该能控制了。张恒说着，便运起身上的灵气，双手同时掐了一个法诀，顿时双手的手心处都燃烧起了三昧真火。然<燃>，张恒将手心处的三昧真火迅速摄入到了三昧真火的火符里，顿时整个三昧真火的火符燃烧了起来，放在上面的炼丹炉也迅速变热。三昧真火已成，火候不错，现在可以开始炼制结阴丹了。张恒皱了皱眉头后，开始将之前收集到的药材按照顺序一种一种的放了进去，每放进去一种，张恒便要控制火候。 如此才能准确无误地炼制出高品质的结阴丹。与此同时，天海市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办公室内，赵如意和安飞宇正在总裁办公室内饮酒庆祝。随即，一个手下匆匆推门而入，禀报总裁：“江南黑白两道九大门派七十六个势力，已经全部收到了我们圣王殿的封杀令，还请下一步指示。”那名手下恭敬的禀报道：“很好，让他们全部出动，杀了张恒。另外，放出话去，谁敢帮张恒和我们圣王殿作对，那就是找死，杀无赦。” 安飞宇一脸阴狠的下令道：“是总裁。”那名手下得到了命令后，迅速退了下去。第四百三十九章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第四百三十九章大战即将拉开序幕。圣王殿的圣王峰杀令一出，凡是从属圣王殿的势力，都纷纷开始行动了起来。江南六省的黑白两道，九大门派，七十六个势力，如此庞大的规模，几乎囊括了江南一半的势力。如此庞大的势力，换做谁遇到都会感到恐惧。长廷业调集了常家所有的护卫。 连两个儿子以及孙女常婉如都拉了过来。之前他就发过誓，生生世世供张大师驱使。如今正是要兑现这句承诺的时候了。而林曼妮也开始联系各种中立势力，出钱雇佣他们来守护重阳山和张衡。可惜那些中立势力一听到要跟圣王殿作对，都纷纷拒绝了，这让林曼妮有些颓丧。不过林曼妮没有放弃，而是将林家本部护卫全部调了过来，加上他姑姑、姑父家的吴家两家人也凑了一百多武者过来重阳山守护。 这已经是林曼妮能调集到的所有守卫力量了。常家本是武道世家，所以常廷烨调集过来的武者数量稍微多一点，有两百人。这已经算是常家所有的家底了。常廷烨甚至还将两个儿子、孙女常宛如都叫了过来，打算拼死一战了。常老，我们现在加起来有多少人了？林曼妮站在重阳山上，蹙眉问道：“加起来一共三百人，而且都是实力低微的人。我们这些人甚至挡不住一个武林门派的进攻，更不用说挡住他们联合起来的进攻了。”常廷烨内心担忧不已。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到死的准备了。林曼妮听到这里也是忧心忡忡。长老，张恒以前在江南就过不少豪门贵族，我们要不要联系他们一起过来帮张恒？林曼妮想了想后说道：“现在林曼妮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用张恒以前对某些豪门贵族的恩惠，来让那些豪门贵族来帮张恒。世态炎凉，张大师以前帮助过他们，并不一定他们现在会反过来帮张大师。毕竟张大师这次的对手是圣王殿，圣王封杀令的恐怖，他们应该都是知道的。”常廷烨叹了口气。 在生死存亡面前，很多人都会选择自保，这点他也能理解。林曼妮也叹了口气。不管这些曾经受过张恒恩惠的豪门大族来不来帮张恒，他都已经打定主意要跟张恒同生共死了。在他们守卫重阳山的时候，张恒在山顶也在加紧速度炼制结阴丹。结阴丹一共需要四百多种药材，而每一种药材放进去火候都需要不同，所以炼制这结阴丹非常的耗费时间。所以眼下张恒需要时间来炼制，已经放入两百多种药材了，还有一半的药材放进去。 就差不多了。张恒想到这里，继续控制着火候，将剩下的药材逐一放入炼丹炉里。三昧真火在火炉里剧烈燃烧着。要不是重阳山周围灵气浓郁，张恒还真不一定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照这个进度来看，再坚持两天，差不多就能完全炼制好了。张恒看了一眼剩下的药材后，兀自估算道：“不过他现在很担心山下的长亭叶和林曼妮，光靠他们两个人的势力，显然挡不住圣王殿的那些爪牙。”旋即用隔空传音的方式传给林曼妮和长亭叶：“长老。” 林曼妮，我练气室内有很多法宝，你们可以拿他们用来抵挡。林曼妮和长亭叶听到这隔空传来的熟悉声音，当即心里一喜，多谢张大师。长亭叶恭敬的回道：“他们现在有三百多人，根本不够，打不过对方。但要是有高级法宝，那就能抵挡的更久一点了，好为张恒争取炼丹的时间。”张恒隔空提醒了他们一句后，便继续专注的炼起丹来。不过心中同样有些急迫，虽然有囚龙阵，又有法宝辅助他们，但林曼妮和长亭叶应该也守不了多久，必须得加快时间。想到这里。 张衡又加快了手上的炼丹速度。与此同时，圣王殿的圣王封杀令已经彻底传遍整个江南六省了。平静了好几年的江南武林一下子都沸腾了。江南黑白两道，九大门派、七十六势力，几乎是同时响应圣王殿的封杀令。圣王殿在江南的影响力非同小可。旋即，他们先后派出了杀手前往重阳山去刺杀张衡。晚上，长亭烨和林曼妮率领护卫轮流守卫重阳山。此时，他们手里都拿了法宝。 但是他们本身实力低微，发挥出的法宝威力也是有限。而且张衡炼制的法宝大部分都是辅助型的，真正有杀伤力，最多也就二十件左右。林总，你先去休息吧，晚上就由我们常家来守卫。常廷烨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孙女常宛如过来接班，道：“好。”林曼妮点了点头。现在是晚上十二点，她也的确有些累了。说着便往山腰处的别墅走去，想要去休息一下。然而就在这时，山脚下忽然来了一对身穿黑衣的人，他们每个人的衣服上都绣着一头猛虎的图案。 后面还有一辆辆的面包车开来，有人来了。常宛如警觉地说道。林曼妮、常廷烨等人也都注意到了这一批人，看到了身穿猛虎制服，看来是黑虎帮的人。江南排行前五的黑道帮派。常廷烨一眼便认出了来人是谁。要去干掉他们吗？常廷烨的二儿子常汉手里握着一柄大刀法宝，一脸跃跃欲试的模样。别出去，重阳山上有囚龙阵，他们一旦进来到这里，便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等他们上来，到时候我们再杀他们。 长廷叶谨慎的说道：“好。”众人都点了点头，显然同意了长廷叶的建议。然而他话音刚落，黑暗中又来了许多人，一辆又一辆的面包车在众阳山的山脚下停了下来，然后从车子里走下来许多武林门派的人。长廷叶带人躲在山上，盯着山下的来人，心中惊骇不已。离火门、新宿宗、天霜派、极道盟、天鬼会、陆林帮……一时间，众阳山的山脚下来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武林门派和黑帮，他们少的来了十几个弟子，多的来了上百个弟子。 一共加起来足足有近千人，而这些只是杀张衡的先头部队而已。更多的势力和高手后面会源源不断的过来。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武器，火枪、火箭炮、大刀、长剑等等，各种冷兵器、热武器都有。冷兵器都出自武林门派，而热武器都几乎来自黑道帮派。他们在重阳山的山脚下聚集后，开始商量着进攻重阳山。各位，我们都是应圣王电封杀令而来，自当联手杀了张衡。离火门的副门主正义凛然地说道：“不错。” 谁杀了张衡，谁就是首功，而张衡现在没有人会帮他，正是最佳时机。我建议大家一起攻上去，将他围杀。黑虎帮的老大手里扛着一把机关枪，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分开来上山进攻。谁能杀死张衡，这首功就归谁的。”离火门的副门主再次高声说道：“那就这么说定了，兄弟们，我们去东边进攻。”黑虎帮的老大说着，带领着五十多个手下往重阳山的东边走去，而其他人则分散着去其他方向进攻重阳山。一场大战。 即将拉开序幕。第四百四十章，众大佬千里来援。第四百四十章，众大佬千里来援。长亭夜看到他们分散了进攻，便也开始指挥众人分散去防守。林总，你带人去东边防守吧，我带人守住其他方向。在这个队伍里，长亭夜实力最强，威望最高，战斗经验也最丰富，所以包括林曼妮在内都听他安排。长老，你们长家守三个方向，守得过来吗？林曼妮不无担心的说道：“守得过来，我们这边会功夫的人多，倒是你那边要小心了。” 常廷烨说着，又转头对自己的孙女常宛如吩咐道：“宛如，跟着林总，保护好他。”常宛如虽然只有二十岁，但经过张恒的指点后，实力增长迅速，已经到了炼气九重的地步。常老，我不用人保护。林曼妮还想坚持，却被常廷烨将话题给岔开了：“他们要上来了，就听我这样安排吧。”林曼妮无奈，只能带着常宛如去了东边的山道，而常廷烨则派遣大儿子常飞虎带人去了南山防守，又派遣二儿子常汉去西山防守。 而长廷夜自己则是亲自坐镇北山防守。北山有唯一一条通往山上的石阶通道，所以这里是重点防守的要道。只有长廷夜自己防守，他才放心。夜色越来越深，追杀张衡的一千多人先头部队摸黑往山上攻去。然而在爬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身子忽然变得一重，双腿像灌了铅一般的走不动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身子变重，走不动路了？走在最前面的弟子纷纷出言，心中更是忐忑不安。不对劲，我体内的气劲也被压制了。 这重阳山上有阵法，很快就有修炼者看出了这其中的隐情。就在他们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长亭叶、林曼妮等人带人四处发起了进攻，给我杀！长亭叶当先握着一把长剑冲了过去，一剑就砍死了一个人。这囚龙阵是张衡设置的，所以他可以自由选定让哪些人不受囚龙阵束缚，所以长亭叶等人完全没有受囚龙阵的压制，他们冲下来了，给我杀！离火门的副门主手持长剑也迎了上去，虽然受到了囚龙阵的实力削弱。 但他们还是一往无前地冲杀了过去。很快，漆黑的夜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杀，三百人对阵一千人，这是一场人数悬殊的搏杀。但长廷夜他们借着阵法优势以及高级法宝的优势，稍稍占据了上风。重阳山上很快就响起了枪声，还有各种喊杀声以及各种法宝的攻击光芒。一场大战一直杀到天色渐亮，这才停歇了下来。圣王殿派出的先头部队一千人死了七八百人，剩下的两三百人都怕死的逃下山去了。长廷夜。 林曼妮等人也损失了近一半的人马，可谓损伤惨重。望着他们退去的身影，林曼妮暗暗松了口气，他们总算守住了。长老，他们退走了。这只是从属圣王殿的炮灰势力，这些人实力都很弱，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高手，这才被我们借助囚笼阵以及法宝的优势将他们打退了。长亭夜顿了顿后，脸色凝重的继续说道：“接下来才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的高手将会一个一个出现，冲杀也会一轮一轮的过来，越往后，对手的实力就越强。” 长亭夜知道他们这样坚持不了多久的，但是现在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给张大师炼丹。然而他们还是太乐观了，天色刚亮一些，远处便又来了一大批人，这次的数量比之前的炮灰部队数量还要多。爷爷，重阳山外又来了不少人。站在山岗放哨的常宛如看到这一幕后，当即找长亭夜禀报。知道了，该来的，他们总归是要来的。长亭夜叹了口气，但还是强自打起精神，准备继续迎接新的战斗。一夜未睡的林曼妮也是握紧了手里的手枪，准备继续战斗。 很快，一批又一批的人出现在了众阳山的山脚下。这次来的人人数更多，足有上万人，还有两个尊神境的高手。当长廷夜看到两个尊神境高手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次要完了。长廷夜，区区一个化神境初期，也敢跟圣王殿作对吗？人群中走出来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大汉，这人便是江南三大武道协会之一天机会的副会长卢松。居然是卢松！长廷夜看到这人的出现，脸色瞬间变白。身为武道世家。 常廷烨自然是认得这天机会的副会长卢松，他可是尊神境初期的高手。眼下他们一百多人加起来，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常廷烨，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赶紧给我让开一条道来，不然我灭你们常家满门！卢松气焰嚣张的恐吓道：“卢会长，张大师与我们常家有大恩，我当以死报之。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我们常家就是死也要死在重阳山上。”常廷烨毫不畏惧的说道：“虽然和卢松在实力上相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但常廷烨依然无惧。他早已将自己和常家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好一个长亭夜，那我就让你死得其所！说着，卢松便运起灵力，想要一掌将长亭夜拍死。然而就在此时，一阵琴音由远及近的传了过来，并很快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哪来的琴音？谁在弹琴？现场很多人都一副狐疑的表情。现在这个时候，谁有兴致弹琴？而卢松以及另外一位尊神境高手太苍真人听到这琴音，微微皱了皱眉头。一曲沧海笑，天涯何处觅知音？随着一个声音的落下，两个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山头跳了过来。 并第一时间站在了长亭夜的身边。这两个身影，其中之一便是白婆婆，而另外一位老头，正是他一直寻找多年的相思人伊文烨。各位，想要杀张恒，就得从我们琴瑟二老身上踏过去。白婆婆手拿紫黄琴，神色凛然。白银花，你这个老太婆居然还没死、啊！一个尖锐的声音从山脚下的人群中响起。旋即，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走了出来。此人正是太仓真人，实力为尊神境中期。这一批追杀张恒的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也这次队伍的领头人太仓。 你都没死，我怎么会死呢？白婆婆毫不留情的还嘴道：“哼，秦氏二老，你们以为靠你们两个就能挡住我们这万人大军？”太仓真人一脸自信的说道：“他这次过来可是足足说动了一万五千人，再加上天机会副会长卢松的帮助，他有信心一举杀死张衡。到时候在圣王殿面前就能拿到头功了。要知道历次圣王封杀令的奖励都是非常丰厚，甚至还有突破境界的丹药，这便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抢着要来杀张衡的其中一个原因了。”太仓真人话音刚落。 山里又响起了一个声音：“太仓真人，再加上我呢。”随着声音的出现，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在他旁边还跟着一个骑着犀牛异兽的仙女。夜莺<英>，太仓真人一眼便认出了这老头是谁。不错，正是在下。想要杀张衡小友，不好意思，得经过我的同意。”夜莺一脸凛然的说道。在夜莺身旁的那位仙女就是南宫轩月了，她也是骑着犀牛异兽跟师父一起过来帮助张衡。好，没想到居然会有你们三个老不死的过来帮张衡。 不过没用，即使算上你们三个，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我身后可是有一万五千多人，今天你们都得死！”太仓真人脸色狰狞地说道。然而他话音刚落，又有几个声音从山道的另外一边传了过来。“那加上我们呢？”左宏伟和马国镇率领着十几名高级炼丹师赶了过来。他们的战斗实力虽然弱，但胜在他们有丹药可以提供给众人。左宏伟、马国镇，你们江南丹药协会也要反圣王殿吗？”太仓真人大喝道。“张大师乃是我们江南丹药协会的副会长，你们想要杀他？” 就等于要灭我们丹药协会，我们岂能坐视不管？马国镇言辞犀利的还击道：“好，那今天就让你们统统死在这里！”太仓真人发狠的说道。他身后有一万五千人，这给了太仓真人莫大的信心。然而他话还未说完，又有人从另外一条山道中走出来，这次是源源不断的走来。江南船王苏汉特带一千人前来相助张大师，上阳城首富公孙洪特带八百人前来相助张大师，京城苏家司老太君特带一千人前来相助张大师，名扬商会会长陆文渊。 特带八百人前来相助张大师。上阳城陈家特带五百人前来相助张大师。东湖商会会长赵秋生特带八百人前来相助张大师。这些人都是以前受过张恒大恩的，甚至是救命之恩，而现在他们都没有忘记张大师的恩情，都特地带人前来相助张恒。这是冒着被圣王电封杀的风险，特地前来的。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人前来相助张大师，不光长廷夜和林曼妮都看呆了，连太仓真人卢松也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前来帮助张恒。第四百四十一章节，应丹要出事了。天海市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办公室内，安飞宇和赵如意正在商量事情。突然，一名手下匆匆跑了进来：“安总，前线来报，太仓真人卢松副会长两人带领一万五千人进攻重阳山，落败，损失惨重，目前已经撤退。”听到这里，安飞宇和赵如意都微微一阵惊讶。太仓真人和卢松带了一万五千人过去都败了，看到张恒出手了吗？安飞宇眉头一皱，出声追问道。 要知道，太仓真人和卢松两人可都是尊神境的高手，一般势力怎么可能挡得住他们两人的联手进攻？没有，张衡好像一直没有露面，是有高手和大势力在重阳山正面帮助张衡。那名手下犹豫了下后，才如实禀报道：“什么？有人敢无视我们圣王殿的封杀令，而去帮张衡？”安飞宇说着，一脸震怒的一掌拍在了实木办公桌上，巨大的力量将那张实木桌给震得粉碎，可见他此时心里有多么的震怒。在圣王封杀令前，居然还有人敢帮张衡，胆子倒是不小。 说都有哪些势力和人物，给我一一说清楚。我要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居然有人敢无视圣王殿的封杀令，安飞宇岂能容忍他们？圣王殿的威势不容人挑战。正面帮助张衡的武林人士有秦瑟二老、江南丹药协会的会长马国振和炼丹圣手左宏伟，还有晏婴以及他徒弟南宫轩月。那名手下顿了顿后，又继续禀报道：另外家族势力有武道世家常家、珠宝集团林曼妮、江南船王苏汉、上阳城首富公孙弘，京城苏家斯老太君。 名扬商会会长陆文渊、上阳城陈家、东湖商会会长赵秋生等等，一共十几个家族，总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随着那名手下报出来的名字越来越多，安飞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直坐在一旁的赵如意听到有这么多人冒着被圣王殿追杀的风险出头帮张恒，心中也很是惊讶。这小子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多的家族势力和武林高手帮他？倒真是让我小瞧了。安飞宇心中也很是震怒，居然有这么多人不将圣王殿放在眼里。看来圣王殿好几年不出手。 他们是都忘了秦家的惨样了。安飞宇眼里闪过一丝杀气。当年秦家在被圣王殿下了圣王封杀令后，也是不甘心就这样被圣王殿所灭，所以他们在江南联合了很多大势力和武林高手，想要抗衡圣王殿。然而最终结果是，他们只抵挡了半年，不光秦家被灭，和他们一起联手的势力和高手也被圣王殿的爪牙一并被灭。既然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圣王殿，那就只能让他们一起灰飞烟灭了。安飞宇说着，眼里闪过一丝阴狠，旋即对那名手下大声下令道。 传我圣王殿令，命江南九大高手提前出动，齐父重阳山诛杀张衡，和张衡联手的势力和高手也一并抹杀。是总裁那名手下领了命令后，便迅速退了下去。赵如意看到这里，忍不住好奇的上前来询问道：“安总，现在帮张衡的有这么多势力，你就派九个人过去，会不会再次失手？”在赵如意想来，现在张衡一方有一万多人，还有这么多高手，而安飞宇只派九个人过去，那不是去送死吗？不过安飞宇却是笑着解释道：“赵夫人。” 那你就太小瞧这九人了。这九人每个人都是尊神境巅峰的高手，一个人就能灭一个大型家族，而他们九人联手，在江南没有人和势力可以阻挡。当年秦家联合江南三分之一的家族势力和武林高手，声势滔天，和我们圣王殿的从属势力打得难解难分。最后这九位高手一出马，一人一剑就灭掉一个势力，九人联手就瞬息间破了他们的阵法、法宝以及各种高手围攻。不到几天，这秦家十万众人便顷刻间瓦解。什么十万人？ 被他们九人所灭。赵如意听到这里，也是心中暗暗震惊。虽然不是他们亲手杀了秦家十万弟子，但却也是因他们而终结。没有这九位高手的加入，秦家或许还能再抵抗更久。安飞宇顿了顿后，话锋一转道：“即使是我正面对上这九大高手联手，也不一定能稳赢。”安飞宇的一番话让赵如意再次一阵震惊，居然连圣王殿的安飞宇也不敢打包票稳赢这九位高手联手。如此看来，这九人的确是厉害，联手后综合实力已经直逼神王境了。 九位尊神境巅峰的高手，这实力当真恐怖！这恐怕是江南六省实力最强的九个高手了吧？赵如意满是惊讶的说道：“正是，这九位高手是我们圣王殿在江南花费几十年，从上万名天赋异禀的天才中选拔出来，并重点培养的，前后花费了无数的财力、丹药和天才灵宝。”安飞宇一脸傲然的继续说道：“我们圣王殿之所以能在江南六省拥有如此强大的威望和控制力，很大原因是这九位高手的存在，震慑了江南各个武林门派和各大势力。”原来如此。 上万名天才中，再培养出九个顶尖高手，当真不容易。圣王殿布局之大，让我叹为观止。赵如意听到这里，也是暗暗佩服。圣王殿所布局的，岂止是这些？以后赵夫人就会慢慢知道，我们圣王殿是何等的庞大，所布之局更是让你无法想象。安飞宇眼里闪过一丝金光。与此同时，重阳山上，在经历了一场大战后，前来助阵张衡的这些人和势力，在囚龙阵的辅助下，以最小的代代价将太仓真人和卢松他们给打退了。 不过，虽然打退了这一万五千人，但形势依然对他们不容乐观。重阳山半山腰处的凉亭里，长廷夜、林曼妮、司老太君、苏汉、秦瑟二老、晏婴等各方首领聚集在了一起，商量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虽然打退了太仓真人和卢松率领的一万五千人，但接下来圣王殿还会派出更强大的高手过来对付我们。长廷夜顿了顿后，略带隐忧的说道：“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退敌办法？一般的高手和势力来再多，我们都不怕。有囚龙阵和张大师炼制的法宝。” 我们都能应付，怕就怕圣王殿会提前派出江南九大高手。要是这九个人来了，我们怕是绝难抵挡。纵使有囚龙阵和张大师的法宝，也会被他们破掉。晏婴可是知道这九位高手厉害的。一提起这江南九大高手，凡是听过他们名讳的，脸上都露出了深深的恐惧。不过司老太君是从京城来的，他并不知道这江南九位高手的厉害，便忍不住冷哼道：“不就是九位高手吗？何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司老太君，你久住京城，怕是不知道。 这九位高手的厉害，长亭夜顿了顿后继续解说道：“这九位高手，每个人都是尊神境巅峰，算是江南实力最强的九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实力灭掉一个大型家族，九人联手，在江南六省，没有人和势力是他们的对手。当年秦家是江南传承三百年的武道世家，光尊神境强者就有八个，另外弟子十万余众，还有二十多个势力联手帮助他们对付圣王殿。可就是这样一股庞大的势力，在九位高手的加入后，形势顷刻间逆转，打得秦家节节,节败退。” 最后将整个秦家夷为平地，联手帮助他们的二十多个势力，最后也被圣王殿追杀灭族。众人听到这里，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圣王殿果然是恐怖如斯，九大高手仅仅是圣王殿在江南六省培养的九条鹰犬而已。至于圣王殿真正的实力，会更加恐怖。四老太君听到这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窒息的压迫感。九位尊神境巅峰高手，这也太可怕了！一时间，众人都陷入到了绝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重阳山上的天象忽然大变，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莫名的飘来一朵祥云，紧接着众阳山周围的灵气疯狂的朝山顶聚集过去。这这什么情况？周围的灵气怎么一下子全都疯狂的涌向山顶去了？晏音感受到这一幕后，心中惊讶万分。其他人也是震惊不已，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天象。只有马国镇和左宏伟两位炼丹圣手看到这里，异常的兴奋和激动。这这是天仙级别的丹药要出世了！马国镇和左宏伟是炼丹师，自然能看出这神丹出世的异象，当即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 当初张大师地仙级别出世的时候，也有天象异变，但远远没有这次来的规模大。天仙级别的丹药，那是放眼全世界也难得一见的神丹，而今却是让他们亲眼见到了。和马国镇和左宏伟一同前来的十几位炼丹师，看到这一异象，同样激动的不能自已。天哪，真的是天仙级别的丹药要出世了！能看到这一幕，我死也值得了。这一趟来对了。有了这些炼丹师的激动讲解，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天仙级别的丹药，山顶方向。 正是张大师在那里炼制丹药，难道他炼丹成功了？长亭夜一想到这里，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张大师终于炼丹药成功了。第四百四十二章张大师出关。第四百四十二章张大师出关。重阳山的山顶上，张恒正在盘膝炼制丹药，正上方的天空天象异变，一朵祥云越来越厚实，这是灵气凝聚的太多了才导致的。再坚持一会结婴丹就要炼成了。张恒此时也非常的激动，不过因为连续两天炼丹，导致他体内的灵力有些跟不上。 以致他脸色都微微有些苍白，三昧真火还在火符中持续燃烧，炼丹炉里的药液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迅速融合，并在高温下逐渐形成一颗丹药。重阳山里好多飞鸟感受到这浓郁的灵气后，纷纷朝山顶飞了过去，有种百鸟朝凤的感觉。而在半山腰处，长廷烨、秦瑟二老、司老太君、马国镇等人看到这里，也再次被震惊到了。张大师果真是百年难遇的炼丹奇才啊！居然连天仙级别的丹药都能炼制成功。这次过后，我定要拜他为师。 马国镇看到这里，心中暗暗决定了什么。这也是左宏伟这位炼丹圣手心里所想的。这个世界上能炼制出天仙级别的丹药，屈指可数，能遇上那简直是天大的机缘，怎能错过？至于其他人，也都在惊叹张衡的不世之才。很快，丹炉开启，一颗绝世神丹缓缓漂浮了出来。顿时，浓郁的灵气从丹炉里四散溢开，众阳山山顶上的植物在碰到这浓郁的灵气后，疯狂生长。张衡看到漂浮出来的结阴丹后。 眼里满是激动和兴奋的神色。与此同时，三昧真火也渐渐熄灭，一大波灵气从天道中反馈到了张恒体内。张恒之前因炼丹所消耗的大量灵力迅速被补满。要不是张恒现在到了瓶颈，光这一大波的灵力就能让他连升好几级。结阴丹终于炼成了，张恒随手一挥，那颗结阴丹便飞入了他的手里。只见这结阴丹通体呈现黑红色，浓郁的灵气运转其中，让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凡物。好一颗结阴丹，灵气太浓了。张恒没有丝毫犹豫。 便将这结阴丹塞进了嘴里，并迅速吞入腹中。顿时，一股强大的能量从结阴丹中爆发，然后瞬间席卷张恒整个身体。好强大的能量！只要吸收了这股庞大的能量，就能瞬间突破到神王境了。想到这里，张恒赶紧盘膝坐了下来，然后开始吸收起这股庞大的能量来。与此同时，有九位高手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赶赴重阳山。他们身形不一，穿着打扮也各不相同，使用的武器也都不同，但每个人的气息都是非常的强大。 这九个人便是江南六省最强的九位高手，也是圣王殿养在江南的九条鹰犬，也是他们控制江南势力的一把利剑。他们此行出山的目的很明确，那便是要斩杀张衡，并消灭那些敢和圣王殿作对的势力和人。正午时分，常廷烨他们正在轮流值守重阳山，突然，常宛如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爷爷，重阳山外面来了九个高手，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我们这边赶来。”九个高手？难道是江南九大高手来了？常廷烨想到这里，便迅速敲响了警钟。很快。 听到警钟后，所有守卫重阳山的人都迅速聚集了起来。在他们刚聚集起众人，那九位高手便已经来到了重阳山的山脚下。晏婴、秦瑟二老他们是认识这九位高手的，当即脸色大变。是江南九大高手来了！没想到这次他们这么快就出手了。晏婴心中大惊。一般情况下，这九位高手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圣王殿是不会派出这九大高手的。然而现在只试探了两波，就派出了这九大高手，可见圣王殿这次是想要快点让张衡死。 现场众人听到是江南九大高手齐至，也都被吓得脸色一白。实在是这九大高手带给他们的压迫感太强了。大家不用慌，我们有囚龙阵，还有张大师的法宝，只要齐心一致，他们绝对攻不进来。燕英看到众人都有些惊慌，赶忙出声安抚道：“众人听到这里，这才稍稍平静了不少。”少卿，那九位高手中忽然走出来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大汉，手执一把巨剑，对着燕英他们说道：“燕英，琴瑟二老，没想到连你们也会帮张衡，倒真是让我很意外。” 蔡父，张衡与我有大恩，今日就是死在这里，我也要挡你们进山。晏婴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挡我们进山？”蔡父哈哈一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他身后的八位高手听到这里，也是同样一笑，笑晏婴他们不自量力。晏婴，你是不是太看得起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了、啊？别以为这重阳山有阵法就能挡住我们去路了，只要我们愿意，分分钟就能破了这阵法。蔡父一脸自信地说道，他早就看出来这重阳山有阵法，而且还是个非常高级的阵法。 但他有自信，他们九位高手联手便能轻松破了这阵法。那你们就上来试试。”晏婴提高了声音说道。在他身后，秦瑟二老以及长亭叶马国镇等人也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口气倒是不小。那就先破了你们的法阵，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九大高手的厉害。蔡父手持巨剑，静心凝神，感受了下阵法的灵气波动后，突然运起身上的灵力，一剑朝众阳山的东边一块巨石劈去。这块巨石正是张衡画了囚龙阵符的其中一块石头。一剑劈出，一道强大的剑气纵横而出。 剑气如龙，咆哮着冲向了那块巨大石头。燕鹰、秦四二老、长亭夜等众人都紧张地看着这一切。要是囚龙阵被破，那么他们想守下重阳山，那是更加难上加难。蔡父的剑气如龙，然而撞击在这块画符的巨石上，只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剑痕，对巨石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什么？这巨石居然这么坚硬？蔡父心中微微一阵惊讶。这布阵之人果然有两下子。不甘心的蔡父打算继续，那就再试试我这一剑吧。刚才蔡父并没有用全力。 然而这次，他决定用全力了。九霄龙云斩！只见蔡父再次运起身上的灵力，灌注到巨剑里后，巨剑发出了青色的光芒，还隐隐有龙吟声传来。在他身后的八位高手看到蔡父使出了绝技，都认为这次破阵必定成功。而众阳山上的晏婴、秦四二老等人看到这里，再次一阵心惊胆战。这蔡父果然厉害，居然能让剑发出龙吟声！晏婴心中担心不已，其他人也再次捏了一把汗，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九霄龙云斩，给我破！ 蔡福大喝了一声后，手持巨剑猛地向那块画了阵符的巨石劈去，一剑既出，巨大的青色剑气化作一条巨大的苍龙，咆哮着而出。重阳山上的众人都被这条巨大的青龙剑气吓得脸色一白，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人能挡住这一剑。给我破吧！蔡福看到这里，眼中信心十足。然而，这九霄龙云斩撞击在符石上，依然没有摧毁，也仅仅只是多了一丝剑痕而已。这一幕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包括那九位高手。什么？九霄龙云斩？ 居然斩不破一块镇符石，蔡父心中震惊不已。他身后的八位高手看到这里也是震惊不已。这时，他身后的八位高手中又走出来一人。蔡父，你什么时候这么弱了？居然连一块镇符石都打不破！说话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手持一柄巨斧走了出来。这人便是岑游。单纯论力量的话，他便是江南第一。你行，你来。蔡父没好气的说道。不过他心中也暗暗震惊这布阵之人的厉害。瞧好了，爷爷一锤子下去，保准。 能让这块镇符石碎裂？岑游说着，往那块镇符石走去，众人都凝神屏息的看着他。待得近前，岑游举起那柄巨斧，运起身上的灵力灌注到巨斧中后，巨斧冒出了黄色的光芒。泰山锤！岑游大吼了一声后，巨斧突然被他大力砸了过去，一锤过去，犹如一头巨熊猛地一掌拍下，力量之大都能让泰山抖上一抖。然而就是这么大的力量，一锤子下去依然砸不碎那块镇符石，也仅仅只是打掉了一些石屑而已。 什么？连我的泰山锤都砸不碎？岑游再次一阵震惊。要知道，他的泰山锤全力一击可以砸掉一个山顶，然而砸在这块镇符石上，居然只砸出来一些石屑而已，其坚硬程度完全超出了众人的想象。其他几位高手看到这里也是震惊不已。这时候，那几位高手中又走出来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手持一把长剑，气息沉稳如山。这人便是邵瑞，一套独孤剑法独步天下，在江南无人能敌。看来这布阵之人非常厉害，大家一起上吧！ 先破了这囚龙阵，再杀上去。少瑞很是谨慎的说道：“我同意少瑞的意思，先一起合力破了这囚龙阵，再杀上山去。”又一位高手出声附和道：“那就一起吧，别浪费时间了。”又有一位高手站了出来。一时间，九位高手齐齐拿出武器，准备先破了那块镇符石。重阳山上的众人看到这里，心吓一跳，有心想要下山去阻止他们，但是，一旦下山出了囚龙阵的范围，那就只有送死的份，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破坏镇符石。 九大高手来到那块镇符石前面后，拿出各自的武器，一起上吧！先破了这阵法。少瑞说了一句后，九人旋即都使出了他们的招式，一时间，众阳山的山脚下灵气炸裂，犹如导弹轰炸一般。在九大高手的狂轰滥炸下，那块镇符石终于出现了裂缝，随即一下子崩塌毁坏，终于摧毁了。妈的，比当年秦家的那个阵法厉害不少。岑游扛着巨斧说道，众人也都点了点头。据他们九人之力，才勉强将这块镇符石给破掉。 可见这阵法有多么的强悍。随着这块镇符石的碎裂，囚龙阵也瞬息间消失。糟了，囚龙阵被他们给破了！燕英心中大惊，其他人也是脸色大变。囚龙阵一破，那么他们便再无险可守了。相较于燕鹰他们的惊恐，蔡父、岑尤、邵瑞等九大高手则是再无所顾忌了。燕鹰、秦瑟二老，你们这些帮助张衡的人，今天都得死在这里！邵瑞说着，带头一步一步朝众阳山走去，其他八位高手也不甘落后的，手持武器，一步一步攻了上去。秦瑟二老。 你们用音波阻扰他们，其他人用法宝阻击他们。反应过来后，晏婴大声指挥道。话音刚落，琴瑟二老当先站了出来，拿出紫黄琴和柚木色，开始进行音波攻击。如梦如幻的琴音加上飘渺的色音，发挥出了双重音波的攻击。这便是琴瑟二老能闻名整个江南武林的秘籍。受到这双重音波的攻击，九位高手的身形稍稍一凝滞，精神力也受到了极大的阻扰。琴瑟二老果然厉害，不过你们以为就凭这双重音波攻击就能阻击我们九大高手吗？少瑞嘴角冷冷一笑。 旋即，玄机手里的长剑缓缓举了起来。其他八位高手也准备击破双重音波。然而，就在此时，燕鹰紧握着一件雷电法宝，远距离向九位高手发动了攻击。轰隆！一道闪电从天而降，直接砸向了邵瑞。紧接着，烽火、雷电各种法宝攻击朝九位高手扑面而来。前有秦瑟二老的双重音波攻击阻扰，旁边有二十多种高级法宝阻击，双重进攻，饶氏九大高手也是不得不认真了起来。好家伙，这么多的高级法宝！ 可惜你们实力太低，发挥不出这些法宝的最强威力。少瑞说着，运起身上的灵气，在周身运起了一道防御罩。其他八位高手同样运起灵力，开始阻挡这些法宝攻击。晏婴、秦瑟二老，你们以为有双重音波和诸多法宝就能阻击我们吗？想得太天真了！一个胖子陡然从九位高手中走了出来，旋即运起灵力，张大嘴吸了一大口气，朝着秦瑟二老发出了狮子吼。狮子吼，这是江南狮子吼大成者狂狮。他的这一声大吼，宛如狮子啸天。 这狮子吼很快和秦四二老的双重音波隔空较量了起来，但他一个人也只能勉强抵挡着秦四二老的双重攻击。狂狮，我来助你！蔡父何曾由看到这里，将身上的灵气传给了狂狮。下一秒钟，狮子吼的威力突然大涨，直接盖过了秦四二老的双重音波。好，一声巨大的狮子吼叫声过后，秦四二老被这狮子吼冲的倒飞了出去，在空中横移了十几米，才重重的落在地上，然后双双吐出一大口鲜血来，显然是受了重伤。秦四二老。 你们没事吧？燕音看到这里大急，没有了秦瑟二老用音波拖住他们，那么他们的法宝攻击效果会大打折扣。果然，没有了秦瑟二老的双重音波，九位高手的身形陡然恢复了。秦瑟双重音波攻击也不过如此，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蔡父、岑游、邵瑞、狂狮等九位高手齐齐运起身上的灵力，发出了各种杀招。顿时，重阳山半山腰处各种招式纵横，每一剑劈出都能带走大量人员的伤亡。仅仅是片刻功夫。 晏婴等人的法宝攻击全部被破掉，接着强大的气劲直接将他们所有人震飞出去，实力弱的直接倒地死亡，实力强的也是受伤不止，现场瞬间死伤大半，终于清静了。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敢阻挡我们九大高手的进攻？蔡父手持巨剑，一脚踏在了倒地不起的长亭夜身上，直接将他踩得吐血不止。你就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张衡，公然反对圣王殿的长亭夜是吗？蔡父一脸杀气的说道：“对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踏进众阳山一步的。” 倒在地上的长亭叶一脸决绝,绝地说道：“你倒是有骨气，那好，今天以后你们常家就会在这个世上消失。敢和圣王殿作对，灭门就是下场。”蔡父说着，拿起巨剑，准备一剑将长亭叶杀死。其他人看到这里，心生绝望，因为他们也都自身难保。然而就在此时，众阳山的山顶上发出了一道耀眼如星辰的白光，紧接着，一个洪亮的声音传遍整座众阳山：“谁人敢在我众阳山放肆？”话音刚落。 一个英俊帅气的身影踏空而来，宛如战神下凡一般。第四百四十三章一剑杀一人。第四百四十三章一剑杀一人。众阳山的山顶上突然发出了一道白色耀眼如星辰的光芒，冲天而上，直上云霄。紧接着，一个英俊帅气的男子，宛如战神一般踏空而来。半山腰处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被深深震撼到了。九大高手之一的少瑞似乎见过这种直冲云霄的光芒，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有人突破到神王境了！这踏空而来的人是个神王境高手。此话一出，九位高手无不变色。神王境，那是华夏屈指可数的高手。放眼整个江南，除了两个隐世不出的怪物外，现世的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出过神王境了。可见神王境有多么的难以达到。就是他们江南九大高手，修炼了二十多年，也没有一人能突破到神王境。一时间，九位高手都将目光看向了那个踏空而来的年轻人身上。踏空而行，这的确是神王境才有的身法。 这人真的到了神王境，蔡父神色突然变得凝重了起来，其他八位高手神色同样变得凝重了起来。要他们对付一位神王境高手，还是非常勉强的，毕竟境界高一级，那实力是天差地别的。与此同时，晏婴、秦瑟二老、南宫轩月、长亭夜等人也将目光看了过去。当看清来人的容貌后，脸上都露出了激动和兴奋的神色。是张大师出关了！是张大师出关了！他达到神王境了！晏婴兴奋的大叫了起来。他自然也知道踏空而行。 只有神王境的高手才能做到的神通，而且张衡此时身上气息无比强大，强大到即使是他也感觉到了一丝战力。只有神王境的威压才会带给他如此压迫感。听到这里，秦瑟二老、司老太君、南宫宣月等人都纷纷激动了起来，眼里都露出了浓郁的希望之色。恭迎张大师出关！马国镇突然第一个大声的躬身喊道，随即其他人也大声附和了起来：“恭迎张大师出关！”一声声的叫喊宛如洪钟一般，彻底激起了他们心底的希望。 而听在那九位高手耳朵里，却是震撼不断。这年轻人便是圣王殿要他们杀的张衡吗？这就是张衡吗？蔡父、岑游、邵瑞、狂师等人心头升起一抹阴云。神王境张衡，这和圣王殿给他们的资料有些不符。之前圣王殿给他们的资料显示，张衡是尊神境巅峰。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九大高手才会如此满怀信心。然而现在，张衡踏入神王境，就没这么好对付了。九大高手一时间都被张衡的无上神采给镇住了。 相较于神色凝重的九大高手，张衡却是淡然的踏空而来，有种无视万物的神态，给半山腰处的所有人都带去了一丝威压。神王境的张衡身法极快，几乎是眨眼之间，他便来到了半山腰处。落地后，扫了一眼伤亡惨重的晏婴、秦瑟二老、司老太君、南宫轩月等众人，眼里莫名的闪过一丝感动。他张衡何德何能，居然让如此多的人甘愿冒,冒着被圣王殿封杀的风险来千里助他？各位，你们不远千里，冒着被灭门的风险来助我，我张衡很是感动。 凡是今天在场的人和家族，我张恒保你们家族荣华一世。张恒顿了顿后，又继续说道：“凡是修炼者，待此事过后，我助他连升三级。”此言重若泰山，以感谢众人对我张恒的千里援助。张恒不是忘恩之辈，相反，他是有恩必报、有仇必报之人。对他有恩的，张恒绝对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跟他有仇的，即使天涯海角，也会将之报回来。燕英、秦瑟二老、司老太君、长亭业南宫轩月等人听到这里。 无不激动兴奋，多谢张大师！众人当即激动的应道：“这一趟他们没有选错，张大师也没有让他们失望。张恒是重情重义之人，是一个值得结交和托付家族一事的靠山。而九位高手见张恒无视了他们的存在，心生恼怒，想他们江南九大高手何时被人这样无视过？”蔡父当即嚣张的指着张恒叫骂道：“张恒，别以为你到了神王境就能无视我们了，你也只是刚踏入神王境，我们九大高手联手杀你绰绰有余，是吗？” 江南九大高手张衡目光看了过来，旋即就见到长亭夜被蔡父踩在脚下，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杀意。长亭夜对张衡尽心尽忠，在这次重阳山守护战，甚至不惜将两个儿子、孙女以及整个家族都拖了出来，为的就是给张衡闭关争取一点时间。如此忠信之人，张衡岂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杀？看到这里，张衡背后的天雷剑瞬间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向了蔡父。蔡父完全没想到张衡会毫无声息的对他下杀手。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天雷剑便到了他的胸前。等蔡父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天雷剑直接射穿了他的胸口，猩红的血液瞬间飙射了出来。怎怎么可能？蔡父眼里满是不敢置信，一剑就杀了他，这速度也太快了，他根本没看清楚这来剑的轨迹。其他八位高手看到这里，眼里同样震惊不已。尊神境巅峰高手居然就这样被张恒一剑给杀了，这实力也太可怕了。被射穿了胸口的蔡父眼前一黑，整个人迅速倒了下去。 很快便死翘翘了。蔡父、岑由、少瑞、狂师等人看到至交好友死去，无不震惊。而晏婴、秦瑟二老、司老太君、长亭烨、南宫轩月等人看到这里，同样也被张衡的实力给震惊到了。一剑就杀死了尊神境巅峰的蔡父，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不过很快，他们都兴奋了起来。神王境的张大师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恐怖。张衡在一剑杀死了蔡父后，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倒地不起的长亭烨身边，然后将之扶了起来，长老。 辛苦你了，张恒由衷的感激道。长廷夜从一开始就集整个家族之力来守护他，这份情谊张恒记在了心里。张大师，你出关了就好，我死不足惜。长廷夜此时心中也非常激动，终于等到了张大师出关的时候。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下去好好休息。张恒说着，为长廷夜输入了一些灵气，将他的伤势瞬间治好了。多谢张大师。长廷夜看到这里，再次兴奋的感激道。治好长廷夜后，张恒手持天雷剑，缓缓转过了身子，直面剩下的江南八大高手。 你们八个一起上吧！张恒一脸杀气的说道。第四百四十四章联手杀我太天真了。第四百四十四章联手杀我太天真了。突破到了元婴境后，张恒的实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丹田处由灵力凝结而成的金丹也蜕变成了和张恒一模一样的人形，灵力浓度更是比之前浓厚了十倍不止。即使眼下面对八位尊神境巅,巅峰强者，张恒也毫不在意。你们八个一起上吧，省得我浪费时间了。张恒淡淡的对他们说道，语气里透着强烈的自信。曾由，邵瑞。 黄师等八位高手看到张恒这么嚣张，自然是十分震怒。在江南六省，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如此小看他们。张恒，你别狂妄自大！我们八个尊神境巅峰强者联手，就是神王境高手也能将其斩杀。少睿手持长剑，一脸的冷意。其他七位高手也都非常的震怒。什么时候他们在江南被人如此小看过了？张恒，别以为你到了神王境就能稳赢我们，谁输谁赢还不一定。曾有举着一把巨大的斧头，脸上同样是愤怒的表情。是吗？那你们还等什么？ 赶紧一起上吧！张衡淡淡的说道。如此挑衅，曾有，少瑞、狂狮等八位高手怎能再忍？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狂狮说着，大步上前，张开嘴巴，运起身上的灵力，猛地吸气入肚，然后猛地吼叫了出来。狮子吼！巨大的狮子咆哮声从狂狮嘴中喷涌而出，音波凝聚成一个扇形的面积，朝张衡喷涌而出。几乎是瞬间，张衡就被这股巨大的狮子吼音波给覆盖。张衡感受到这震耳欲聋的狮子吼，神色依旧淡然。 就这点音波攻击还比不上秦四二老的音波伤害，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张恒掐了一个隔音符，便将这狮子吼的音波攻击给轻松破解了。不过这八位高手可不止这点手段，张恒，你就等着受死吧！邵瑞说着，举起手里的长剑，运起身上的灵力灌注到长剑里，剑身忽然发出青色的光芒。然后邵瑞连续不断的朝张恒劈出九剑，独孤九剑士顿时九道连续不断的剑气朝张恒射去。这独孤九剑是连续不断的九剑，每一剑的剑气伤害威力都是叠加的。 而且一剑比一剑的威力大，在江南六省中，很少有人敢正面去接这独孤九剑，因为他们都知道根本接不住。然而张衡却是伸出一只手来，灵力一阵波动，身前迅速凝聚起了一道白色的防御罩。独孤九剑的九道剑气直接打在了这道防御罩上，连续不断的九剑根本破不开张衡的防御，这让八位高手微微有些惊讶。他们可是非常清楚这独孤九剑式的厉害，然而却连张衡的防御罩都破不开，就这点剑气也想破开我的防御，太天真了。 张衡嘴角微微一扬，大家一起上，不信打不死他。邵瑞看到这里，急得大喝了一声，旋即再次施展出了独孤九剑。与此同时，岑游、黄师以及其他几位高手也都纷纷施展出了他们的绝招。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岑游大吼了一声后，拿起一把玄铁巨斧，朝张衡劈了过去。泰山锤，一斧子下去，一道宛如能劈开天地的巨大气劲从他的巨斧中射出，直面张衡而去。如此庞大的气势，仿佛要将张衡劈开两半。独孤九剑式。 少瑞的独孤九剑的剑气也再次使了出来。狂狮铁拳，狂狮见自己的狮子吼没用后，便戴上了高级灵气黑岩手套，然后运起身上的灵力，全力朝张恒一拳轰了过去。黑岩拳进化作一头强大的黑色狮子，猛烈咆哮着冲向张恒，张牙舞爪的气势非常凌人。与此同时，其他几位高手也都不甘落后的，纷纷使出了绝招。流星劈山斩，一位刀法大成的高手挥出了手中的巨灵宝刀，顿时一道蓝色的刀气，气势如虹的朝张恒劈来。 其气势仿佛能劈开山岳一般，这便是江南第一刀客的成名绝技——流星劈山斩。刀无敌刚使出成名绝技，他身旁的一位身材精瘦的中年男子也使出了手里的日月剑，剑出如龙，日月可照。杀！日月剑法一出，一阴一阳两道剑气互相纠缠着射向张衡。这日月剑法据说能一剑砍断一条大江，可见其威力有多么的霸道。在日月剑法同一时间辟出的，还有其中一位剑法高手使出的幽冥剑法——幽冥鬼神，一剑万鬼哭。 江南幽冥剑神的成名绝技，曾经他用这一剑杀掉了一百多人，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剑魔印象。幽冥剑法一出，剑气如鬼魅一般，让人无法追踪其轨迹。剩下的两位高手也在同一时间使出了他们的成名绝技：赤焰百裂剑法，一剑祭出，强大的剑气化作一条巨大的火龙，直扑张衡；隐隐还有火龙的咆哮声。冰霜千里剑法，一剑祭出，凌厉的剑气化作一条巨大的冰霜巨龙，直扑张衡。 同样有冰霜巨龙的咆哮声传来，一冰一火两条剑气化作的巨龙同时扑向张衡，威力巨大。这冰火两大剑法高手，曾经在和秦家的战斗中就消灭了近万人，其战斗力足可以抵得上一个全副武装的师，可见这两人联手后的实力有多么的恐怖。八位高手一起出手，使出的还都是成名绝技，宛如八颗导弹同时射向张衡。常亭夜、晏婴、秦四二老、南宫轩月、林曼妮等人看到这里，无不替张衡捏了一把汗。 这八位高手，每一人都能轻松灭掉一个大型家族的势力。他们联合起来的威力，即使是曾经江南第一家族秦家，也是被轻松灭掉。而眼下，如此强大的杀招，却是同一时间轰向了张恒。八位高手看到张恒被他们八人同时攻击，眼里闪烁出一阵惊芒：“去死吧！即使你是神王境高手，也没办法同时应付我们八人的成名绝招。”少瑞一脸傲然的说道。然而，张恒面对这八道威力巨大的成名绝招，却是怡然不惧，甚至神色淡然。 来得好！张恒大喝了一声，旋即手中的天雷剑被灌注入强大的灵力后，陡然剑身上闪烁出滚滚的天雷电流。一剑万法破，天雷寂灭斩。张恒目光如炬，面对八道成名绝招的攻击，使出了适合天雷剑的天雷剑法。一招既出，风云大变。九霄之上，一道天雷打了下来，正中张恒的天雷剑。下一秒钟，张恒将天雷剑一剑劈出，顿时一条庞大如山岳的雷龙张牙舞爪的冒了出来。现场所有人看到山岳一般的雷龙。 吓得脸色大变，好大一条雷龙！邵瑞、岑游、黄狮等八位高手看到这里，心脏狂跳，实在是这条剑气化成的雷龙太过庞大了，足足有山岳一般庞大，遮天蔽日，居高临下，宛如神龙将士一般。那种强大的压迫感，让他们也不得不心生恐惧。而长廷夜、晏婴、秦瑟二老、南宫轩月、林曼妮等人看到这里，却是兴奋不已。张大师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去死吧！ 张恒目光凛然地将那条巨大的雷龙朝着那八道成名绝招轰了过去。第四百四十五章一剑团灭你们。第四百四十五章一剑团灭你们。张恒这一招天雷寂灭斩威力强大到了引动天雷，一剑既出，剑气化作了一条山岳般巨大的雷龙，全身流转着恐怖的电流。张恒将手中的雷龙朝那八大高手的绝招轰了过去，几乎是眨眼之间便撞上了，一人敌八人，这是一个人数上悬殊的较量。然而在力量上， 张恒一人却是碾压了他们八人，八大高手的成名绝招，换做平时，那绝对是无比霸道的存在。然而眼下，这八股能量在打中了雷龙后，只是削弱了他一点点的雷电威力。紧接着，那庞大的雷龙气势不减，竟直轰向了八位高手。邵瑞、岑游、狂狮等八位高手看到这里，脸色大变，快闪开！邵瑞急的大喊了一声，旋即那庞大的雷龙便朝他们轰了过来。轰！巨大的爆炸声在那八大高手的中间爆炸了开来。 顿时，无数闪电从中心四散一开，各种泥土山石混合着也飞溅了开来。正中心的邵瑞瞬间被雷龙吞噬，电得里焦外嫩，眨眼间便死翘翘了。离他较近的两位高手也瞬间被雷龙的爆炸所吞噬，也被强大的雷电电的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只有离得较远的五个人才稍稍避开了一点，但也被四散一开的强大电流给波及到了，将他们炸飞出去了一百多米，摔下重阳山后倒地吐血不止，体内的气血更是被电流侵袭，受伤颇重。一剑。 就杀退了八位尊神境高手，死了三位，五位重伤。如此恐怖的实力，把长亭夜、晏婴、秦瑟二老、南宫轩月、林曼妮等人看得颤抖不已。太强大了，张大师太强大了！一剑就杀退了江南八位顶级高手，这就是神王境的实力吗？太恐怖了！晏婴眼里满是震惊的神色，身子更是在微微的颤抖。实在是张恒的实力太过惊世骇俗了。其他人也是彻底看傻眼了。张恒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如今的张大师。 除了那两位隐世不出的老怪物，在江南他怕是武林第一高手了。秦瑟二老看到这里，也是忍不住惊叹：张衡的恐怖实力，完完全全看呆了他们。至于五位活下来的江南顶尖高手，也是心中无比震惊：怎怎么可能？即使是神王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秒掉我们八人。他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曾游的心中忍不住惊惧了起来，实在是张衡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其他几位高手心中也是震撼不已，本以为凭借他们八人联手，可以和张衡打上一打。 然而一个照面下来，将他们的自信心全部打碎了。是他引动了天雷，这才导致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变强了好几倍。剑魔向一强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同时也解释了刚才那一剑为何威力会这么强大。曾游、黄师等其他四位高手听到这里，这才恍然，怪不得这一剑的威力会这么大，原来是借助了天雷的力量。这张横太难对付了，现在少瑞和其他两位高手都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怎么办？曾游从地上艰难的爬起来后，看了一眼剩下的几人，一脸惊惧的问道。 你觉得今天我们还有后路吗？剑魔相依看着张衡一步一步朝他们走来，冷冷地对他们说道。其他几人回头看到张衡正在向他们逼近，全部心脏一跳。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般离死亡这么近。眼下我们只能奋力一搏了，把最后的底牌都使出来吧，不然今天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剑魔相依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把两指长的黑色小剑，这是一把魔剑，上面黑色的魔气缠绕，能让人丧失理智，但却能发挥出他剑法三倍的伤害。相依一般不会将它拿出来。 因为每次拿出来，他都会入魔，从而丧失部分理智。杀杀！剑魔相依的双目瞬间赤红，嘴里还不断的发出杀戮的声音，整个人的身上随之冒出了黑色的魔气，看着有股阴森恐怖的感觉。曾游、黄师等其他四位高手看到，当即也没有再犹豫了。相依为了拼命都入魔了，而他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张恒，你想杀我们，没这么容易！黄师说着，从身上取出了一枚红色的丹药，然后毫不犹豫的塞入了嘴里。丹药入口后，他整个人的气势也随之一变。 四肢陡然变大，身体上的青筋也暴突，看起来很是可怕。但是狂狮的力量却是为此变强了三倍。而岑游从身上同样掏出了一颗丹药，不过他的这颗丹药可不是强力丹，而是激发潜力，让自己的实力短暂提升的一种激发丹。这种丹药虽然吃下去后能短暂的强行提升他的实力，但过后他的实力反而会下降，身体素质也会变差。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种激发丹岑游是不会吃的。但眼下性命攸关，他也不得不吃下这激发丹了。剩下的两位冰火剑士。 则是用剑往自己的手腕上割了一刀，冰火两把剑在吞噬了宿主的血液后，陡然散发出了渗人的红色光芒。这是用本命精血来喂养宝剑，以此提升实力的手段。虽然能短时间内强行提升剑的品级，但宿主却会因此遭到反噬，从而减寿。为了对付张恒，这两位冰火剑圣也是下了血本。张恒看到他们都使出了拼命的绝招，嘴角微微一扬：“你们以为拼命了就能打过我吗？在我看来，你们五个只不过是蝼蚁罢了。” 张衡说着，将手里的天雷剑往天上一扔，随手掐了一个法诀后，天雷剑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变成了一把巨大无比的剑。天雷剑一出，天地一变，雷电又滚滚落了下来。这这剑居然能引动天象，难道是圣器？剑魔相依虽然入了魔，但是见识还是在的，他一眼便认出了这天雷剑的不凡。而其他四位高手听到这天雷剑是圣器，脸色再次一变，怪不得能引动天雷，原来这件是圣器。众人的心脏又猛地一沉。 张衡本身已经到了神王境，现在又有圣器天雷剑，这实力完全碾压他们。不过现在他们五个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杀了张衡，他们才能有活路。杀！岑游大吼了一声后，举着玄铁大斧当先朝张衡杀了过来，其他四人也都纷纷跟上，身上的灵力在迅速燃烧，这是他们最后一波了，是生是死就看这一次了。魔剑疾射，剑魔相依将手里的一把黑色的魔剑朝张衡射了过去，同时他又整个人手持另外一把剑也冲了上去。 一人当两个人用，果然是拼命了。冰火双剑合璧，两位冰火剑圣关键时刻也冒险使用出了双剑合璧的杀招，顿时一冰一火两条剑气互相咆哮着冲向张衡，威力比之前强大了近十倍，所过之处地面要么被烧焦，要么被冻住，可见这冰火双剑合璧的威力有多么的强悍。而岑游和狂狮两人在激发了身体潜力后，实力也是暴涨，震天斩。岑游大喝了一声后，朝张衡一斧头砍了过去。 霸道的气劲化作一头大地熊，朝张恒拍了过去。万兽奔腾拳，狂狮也祭出了消耗寿命的杀招，一拳祭出，拳劲犹如万兽奔腾一般，朝张恒轰了过去。这次虽然只有五个人，但是他们每人的杀招威力都提升了好几倍。长亭夜、燕鹰、秦四二老、南宫轩月、林曼妮等人看到，再次替张恒捏了一把汗。五个人的气势宛如山岳一般，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甚至整座重阳山都在隐隐颤抖。可见他们五个人的拼死一搏。 威力有多么的强悍？然而张衡的神色却依然很是淡定。该结束了，都死吧！张衡手指往下一指，顿时半空中的那把变大的天雷剑在吸收够了足够的天雷后，直接轰然砸下。巨大的威力宛如一颗原子弹爆炸一般，直接将他们五个人的杀招破解掉了。下一秒钟，他们五个人全都被天雷剑的无数闪电给电死，连反抗的余力都没有。天雷剑落地后，深深的插入到了众阳山的地面里，紧接着众阳山整座山都颤动了起来，巨大的能量爆炸。 将方圆一公里范围的地面变成了焦炭，同时灰尘弥漫，形成了一个蘑菇云的形状。长廷夜、燕英秦四二老、南宫轩月、林曼妮等人看到，张大了嘴，一副被彻底惊呆的模样。好好厉害的一剑！第四百四十六章反封杀。第四百四十六章反封杀。晏婴他们干咽了一口唾沫，如此威力强大的一剑，他们从未见过，今天算是真正的长见识了。蘑菇云形状的烟尘过了很久才散去，渐渐露出了里面的状况。 只见狂狮、岑游、剑魔相依等五位高手，全被张衡刚才那天雷一剑给杀死了，尸体还是焦黑一片，都都死了。晏婴、秦瑟二老等众人看到这里，眼里一片震惊的神色。一剑杀死五位江南顶尖高手，这实力也太恐怖了。众人下意识的朝那几具尸体靠近了一些，想要看得更清楚。好像真的全死了。江南九大高手居然全死在了张大师的手里。今日之后，在江南除了那两个隐世不出的老怪物外，再无人是张大师的对手了。 白婆婆看到这一幕后，忍不住叹服道：“一时间，在场众人看向张恒的时候，眼神都变得无比崇敬。一剑杀死九位尊神境巅峰高手，的确称得上江南第一高手了。”张恒见狂狮、曾由，相依等五位高手都死了，便随手一招将天雷剑给收了回来。圣王殿敢封杀我，是时候让你们付出点代价了，不然以为我张恒是个好欺负的窝囊废了。张恒眼里闪过一丝精芒，他打算给圣王殿一点颜色瞧瞧，不能再被动的等着挨打了。 随即大声地对在场众人宣布道：“传我令，即刻起在江南六省封杀圣王殿，谁敢和圣王殿有关系，杀无赦。凡是和圣王殿脱离关系者，可赐高级丹药和法宝。”此话一出，众人皆惊。张衡居然敢一己之力封杀圣王殿，这可是前无古人啊！要有何等的气魄，才能做出反封杀圣王殿的举动？燕鹰、秦四二老等人看到这里，先是一阵震惊，旋即激动不已。现在江南九大高手全死了，相当于圣王殿在江南没有了鹰犬和控制力。 这个时候发起反击正是时候。那些在江南六省的圣王殿从属势力，听到九大高手被张衡一剑杀掉后，定会畏惧张衡。即使有犹豫的，也会在高级丹药和法宝的诱惑下，选择跟圣王殿脱离关系。所以说，这个反封杀一出，能很大程度上打击圣王殿在江南六省的势力。愿为张大失效犬马之劳。晏婴想通了其中关键后，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们现在和张衡是同一条战线，既然已经站出来反对圣王殿了，那么他们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只能跟着张衡一条路走到底了。只有将圣王殿的势力彻底赶出江南六省，他们才有安宁的日子可以过。有了燕应带头，其他人也纷纷站了出来表态，愿为张大师效犬马之劳。秦瑟二老也当即站了出来，他们也觉得跟着张衡实行反封杀是眼下非常正确的举措。很快，长平夜、南宫轩月、林曼妮、江南船王等人也纷纷站了出来，我等愿为张大师效犬马之劳。所有人都赞同了张衡这个大胆的行为，因为他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那就是将圣王殿反对到底，将他们的势力彻底赶出江南六省，如此他们才能安宁，不然就只有等着被动挨打的局面。多谢各位的鼎力相助，我张恒定然不忘大家的恩情。张恒抱拳感谢道：“圣王殿敢封杀他，张恒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一定将要将他们打痛，让他们知道他张恒是不好惹的。”接下来几天，张恒先给受伤的人疗伤，将他们治愈后，便开始着手炼制高级丹药和法宝，炼制丹药和法宝。 一来能让张恒从中获取不少灵力的反馈，从而为自己增加修为；二来也是为了给跟随他的人提升修为和实力，这也是为了感谢他们之前不远千里来援助他的恩情。有了高级丹药服用，他们的修为自然会快速提升；还有高级法宝也能让他们的实力大幅度上涨。三来则是为了吸引圣王殿在江南的那些从属势力，光靠武力威慑，那些圣王殿的从属势力还不一定会和圣王殿脱离关系，但要是能有高级丹药和高级法宝诱惑。 他们脱离圣王殿的几率就会大得多。综上所述，目前张衡炼制高级丹药和高级法宝是第一要务。马国镇和左宏伟代表江南丹药协会，全力供应张衡炼丹所需的一切药材，甚至还亲自给张衡调配炼丹药材。炼丹室内，马国镇和左宏伟将一麻袋药材放下后，突然跪在了张衡面前。马会长、左圣手，你们这是干什么？刚炼完一炉丹药的张衡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张大师，还请收我们为徒，我们想跟着您学习炼丹。”马国镇言辞恳切地说道。 张大师，就收下我们吧。左宏伟也跟着恳求道。自从亲眼看到张衡炼制出天仙级别的丹药，马国镇和左宏伟就打定了主意要拜张衡为师。原本他们以为张衡是炼丹天师，但现在看来，张衡的炼丹水平早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如此炼丹高人，怎么能轻易错过？你们想拜我为师，就不怕被我连累？圣王殿可是世界上三大顶级势力之一，我这反封杀一出，定会和他们结仇。你们此时拜我为师，会遭到他们全世界的封杀和针对。张衡淡淡的提醒道。 张大师，我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和你同生共死的准备。别说是圣王殿的封杀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要拜你为师。马国镇一脸认真的说道：“张大师，只要能让我跟着你，我什么都不怕。”左宏伟也是言辞认真的说道：“张恒，看到他们一脸坚决的模样，点了点头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你们做记名弟子。我还会教授你们一些高级炼丹术。至于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们自己的悟性了。’”马国镇和左宏伟对张恒很是忠心。 何况眼下张衡又需要江南丹药协会提供炼丹药材，所以收下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多谢张大师，不多谢师傅。马国镇和左宏伟兴奋的当即磕头跪拜了起来。除了炼丹外，炼制高级法宝的器材，则有江南船王苏汉、林曼妮、常廷烨等人负责收集提供。一时间，张衡在不断的炼丹和炼器下，灵气源源不断的吸收到了他的体内，实力和修为也在快速增长着。在张衡炼制高级丹药和高级法宝的同时，林曼妮。 长亭夜，苏汉以及其他跟随张衡的势力，将九大高手身死以及反封杀圣王殿的消息迅速传播了开去。一时间，整个江南势力瞬间哗然。第四百四十七章：圣王殿的反击。第四百四十七章：圣王殿的反击。天海市圣王殿分部的总裁办公室内，还不知前线状况的安飞宇和赵如意正在喝着红酒，提前庆祝胜利。赵夫人，这次江南九大高手出动，区区一个张衡必死无疑。你们赵家的大仇也算是报了。来，我敬你一杯。 安飞宇对圣王殿培养的这九条鹰犬非常有信心，在他想来，九大高手出马，张恒必死无疑。安总，请赵如一手握红酒，一脸得意。在他想来，张恒也就是尊神境巅峰的实力，在九位同样段位的高手围攻下，只有被杀的份。然而，就在两人喝酒庆祝的时候，外面有个手下急匆匆的跑了进来。安总，大事不好了，江南那边出大事了！那个手下推门进来后，满脸焦急的禀报道：“出什么大事了？江南有九大高手坐镇。” 还能出什么大事？安飞宇眉头一皱，大声喝道：“安总，张恒临阵突破到了神王境，一举杀了我们派出去的九大高手。”那名手下气喘吁吁的大声禀报道：“什么？张恒突破到了神王境，还杀了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几十年的江南九大高手？”安飞宇一脸的震惊，心里一万个不相信。你确定这消息是真实的吗？张恒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到了神王境？安飞宇可是知道，从尊神境巅峰晋升到神王境，即使悟性再好，那也需要很长时间的闭关。 张恒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神王境？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旁边的赵如意听到这里也是非常的震惊。张恒怎么可能就突破到了神王境呢？赵如意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如果是真的话，那么神王境的张恒，赵如意想杀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安总，张恒的确晋升到了神王境，凌空而行，一剑灭杀九大高手，不会有错的。那名手下如实的禀报道：“凌空飞行，一剑灭杀九大高手，这实力都赶上我了。”安飞宇听到这里，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以他的实力。 也做不到一剑杀死九大高手，这让安飞宇脸色变了又变。赵如意听到后更是震惊不已，一剑杀了江南九大高手，这实力得恐怖到何种程度？一时间，赵如意和安飞宇两人都被这个消息所震撼到了。不过，他们俩更多的是对这个消息的质疑。即使张恒晋升到了神王境，也不可能做到一剑杀死九位尊神境巅峰的高手。就在他们还在质疑的时候，那名手下又爆出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安总，眼下情况可能还要更糟。 张衡杀了九大高手后，还发布了反封杀圣王殿的命令，不但用武力震慑江南各个势力，还用高级丹药和高级法宝做饵。现在江南各大势力纷纷宣布和我们圣王殿断绝从属关系，转而投效张衡去了。那名手下犹豫了下后，还是将这一情况如实禀报了出来。安飞宇听到这个消息后，除了震惊外，更多的是震怒。好一个张衡，你还是头一个敢封杀我们圣王殿的人，真是找死！安飞宇说着，双手握紧了拳头，脸上青筋肉跳。 可见他有多么的愤怒。圣王殿在华夏，甚至在世界上，谁人敢惹？只有他们封杀别人的份。如今却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封杀，这无疑是在啪啪的打他们圣王殿的脸。安飞宇怎么可能忍？这已经不是帮赵如意杀仇人的事情了，而是上升到了关乎圣王殿的尊严和他们在江南的势力控制。张恒，你必须死！安飞宇眼里闪过一丝杀气。赵如意同样也很震惊，张恒居然敢以一己之力反封杀圣王殿。圣王殿是何等的势力庞大，他一个才刚踏入神王境的人。 竟敢封杀一个世界顶级组织，这胆子也太大了。不过赵如意看到安飞宇动了杀心，心中却反而一阵高兴。张恒，你惹怒了圣王殿，那你没几天可活了。赵如意还是非常清楚圣王殿在世界范围的势力和实力的。张恒虽然是神王境，实力已经是很强了，但是以圣王殿的势力，想弄死一个神王境高手还是能办到的。为了再激一下安飞宇，赵如意假装好心的劝说道：“安总，要不暂时先放弃追杀张恒吧，毕竟他已经是神王境高手了。为了我个人和赵家的事情。” 连累到你们圣王殿，我实在是过意不去。赵如意这是故意在激安飞宇，实则是恨不得圣王殿派出所有势力将张衡撕成碎片。果然，安飞宇被赵如意的这番话给激到了。赵夫人，现在已经不是你个人仇怨的事情了，而是涉及到我们圣王殿的尊严和在江南的势力布局了。这张衡不得不除了。安飞宇的眼里闪烁着浓浓的杀气。可是张衡现在已经晋升到神王境了，要如何杀他呢？赵如意继续激化道：“放心，我们圣王殿在华夏布局很深，在江南。” 明面上有九大高手，实则还有一个神王境的老怪物潜伏在那里。安飞宇顿了顿后，略有些担忧的继续说道：“不过让这老怪物出手，可能会提前暴露他的身份。但只要出手够快，就不会影响我们圣王殿在华夏的布局。”赵如意已经好几次听到安飞宇说起他们圣王殿在华夏的布局了，看来这圣王殿在华夏图谋甚大，但还是忍不住好奇的问道：“不知安总所说的这老怪物是谁？若不想让这位神秘高手暴露，我倒是有个法子。”哦，赵夫人可有什么法子？至于这老怪物的身份。 还请恕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老怪物已经到了神王境。安飞宇眼神阴暗的说道。赵如意微微有些惊讶，圣王殿居然将神王境这种世界顶级高手安排做棋子，看来他们所要谋划的比他想象的可能还要大。但是赵如意现在不想管其他的，只想让张恒快点死。安总，张恒似乎很关心一个叫柳青城的女子，为此还不惜耗费了大量灵力救她。我们可以将这柳青城抓来，关在一个不有阵法的地方，到时候就可以引诱张恒前去救援。赵如意顿了顿后。 继续续说道：“如此，再让那神王境的神秘高手埋伏出手，这样不但不会暴露这神秘高手的身份，还能借着阵法的威压和神秘高手的实力，将他一举杀掉。好办法！”安飞宇听到这里，心头大悦，随即想到了什么，说道：“我们在江南天芒山有个圣王像，当年为了对付华夏第一剑圣杜白，圣王在那里亲手布置了一个范天阵，借此圣王斩杀了华夏第一剑圣杜白，从而奠定了我们圣王殿在江南六省的主导地位。这范天阵连我都破不了，想那张衡也势必破不了。” 一旦他踏入梵天阵的范围，再加上那老怪物的出手，他必死无疑。想到这里，安飞宇心里一阵得意，暗暗为自己的计划而得意。第四百四十八章，柳青城出事了。第四百四十八章，柳青城出事了。张恒在杀了九大高手，又发出了反封杀圣王殿后，江南的各个势力从属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圣王殿原本在江南的从属势力有九大门派、七十六势力，然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有一大半的从属势力直接宣布脱离和圣王殿的从属关系，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势力在观望。这之中有以江南三大武道协会为首，天机会、吞金盟、风云阁，这是江南三大武道协会。无论是人数还是实力，这三个武道协会在江南都是顶级的存在。他们是最早跟随圣王殿的一批势力，虽然很震惊于张大师的强势崛起，但还是坚信圣王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将张大师封杀到底。他们设想的没有错，圣王殿的确采取了针对张衡的打击行动。 云山别墅的山脚下，一辆黑色的奔驰车突然停了下来。车上坐着赵如意和安飞宇。根据情报，这几天柳青城一直待在这云山别墅里。安飞宇朝窗外看了看后，继续说道：“张恒一直待在重阳山，他从那里过来至少得五到十分钟，所以我们只有五到十分钟的时间行动抓人。五到十分钟够了，真是没想到柳青城居然没有待在重阳山，真是天助我也。”赵如意唇角露出一抹笑意。 原本赵如意还在担心张恒会将柳青城这么重要的人安置在重阳山上，结果没想到柳青城会待在云山别墅里，还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让他捡了个大漏。行动吧！安飞宇说着，先一步从车子里钻了出去。赵如意紧跟着也钻了出去。与此同时，在云山别墅里，这几天柳青城一直被他的父母软禁在房子内，无论他怎么挣扎和反抗，都无济于事。女儿，啊，我还是劝你放弃吧。张恒现在遭到了圣王殿的封杀，这会儿可能已经死了，你过去也没用。 很可能还会把自己的命也给搭上。王芬坐在柳青城的床上，苦苦劝说道：“妈，你就让我再看张恒一眼可以吗？就看最后一眼，看完之后我就回来。”柳青城眼眶红红的，显然是哭过。柳青城想过去见张恒，和他同生共死，可惜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让他过去找张恒，为此不惜将他软禁在房间里。王芬、柳国栋他们夫妻俩还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倒真是煞费苦心。面对柳青城的苦苦央求，王芬完全无视：“看什么看？你是不想要命了是吗？圣王殿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不知道吗？王芬见柳倾城还不想放弃，就忍不住机关枪似的继续劝说道：“圣王殿国际顶级大集团就是一个分部，在我们华夏也是排名前十的存在，还有各个武道势力跟随他们。张恒拿什么跟他们斗？何况赵如意没死，张恒的万亿身家也被赵如意夺回去了，他眼下就是一个废物。就算没有圣王殿的封杀，我也不会允许你们在一起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好好在这里待着，哪里都别想去。”王芬直接将话给挑明了。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倾国倾城的女儿嫁给一个窝囊废。柳倾城听到这里，眼里一阵绝望。有这样的母亲，也算是他的悲哀了。不过就在这时，刘小雅从楼下走了上来，手里还拿了一杯果汁。妈，你说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先喝杯果汁解解渴吧。刘小雅推开门后，将手里的那杯果汁递到了王芬的面前。还是小雅听话。等过几年，妈让人给你介绍个富二代，让你下半辈子舒舒服服的当阔太太，爸妈也好跟着享福，说出去也有面子。王芬说着。 顺手接过了刘小雅手里的果汁，然后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刚才他和柳青城费了那么多的口舌，还真的有些口渴了。一杯果汁下去，王芬似乎没这么渴了。可是刚喝下去不久，脑袋就开始晕了起来，双眼皮还上下打架。我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困，想睡觉？王芬摇了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下，可是脑袋还是沉重了下来。妈，你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就好好睡一觉吧。刘小雅在王芬的耳朵旁小声说道。话音刚落，王芬便一头栽在了柳青城的床上，然后呼呼睡着了。小雅。 你给妈喝了什么？柳倾城也猜到是妹妹在果汁里动了手脚，不然王芬不可能就这么快睡过去的。我在果汁里加了安眠药，趁妈睡着了，姐姐，我带你去重阳山见姐夫吧。刘小雅赶紧招呼着柳倾城说道。刘小雅忍了几天，终于看不过去了，只能用这个手段来帮助姐姐了。小雅，谢谢你，我们快走吧。柳倾城旋即抓紧时间往门外走去，临时又想到了什么，转头问刘小雅道：“对了，小雅，我爸呢？”柳倾城担心他父亲柳国栋会继续拦他，爸还在补觉，昨晚他守了你一夜，根本没睡好。 眼下正在补觉，暂时不会醒来，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去了后就不要回来了，这边有我。刘小雅说话的同时，拉着柳青城的手往楼下走去。她虽然也担心姐姐过去之后的安危，但看到姐姐每天以泪洗面，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成全姐姐和张恒的感情。小雅，谢谢你。柳青城听到爸妈都睡着了，心下一阵兴奋，终于可以去重阳山见张恒了。同时心里也非常感激妹妹刘小雅，要不是有她帮忙，她根本出不去。然而两姐妹刚跑到门口。 便迎面撞见了两个人，正是赵如意和安飞宇。赵如意，你怎么来了？柳青城看到赵如意出现，脸色一变，身子也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旁边的刘小雅看到这里，也是微微一阵惊讶。这个赵如意就是一直在打压他姐夫张恒的人，一时间看向赵如意的眼神也不那么友善了。柳青城，刘小雅，你们姐妹俩准备去哪呢？赵如意笑着说道：“我们去呢，关你什么事？”柳青城将妹妹刘小雅护在了身后，他感觉赵如意这次过来不怀好意。 柳倾城还清楚的记得，上一次赵如意过来找他，就给他吃了那个什么药，导致他和张恒离婚。这次过来肯定也不会有好事。小妮子还挺倔强的，不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既然你们两姐妹都在，那就一起带走吧。赵如意说着，朝柳倾城和刘小雅伸手抓了过去，想着有两个人质要比一个人质来的更强，所以想直接带走两个。然而柳倾城早就防着赵如意了，提前拉着刘小雅往后退了一步，迅速躲开了。躲开之后，柳倾城想到了什么。 从脖子里拿出了一张平安符，正是张恒给他的。这张符之前张恒跟他说过，但凡遇到危险，只要捏碎它就能保他平安。想到这里，柳青城将手里的那张平安符塞到了柳小雅的手里：“小雅，你快点捏碎这平安符。”柳青城将逃跑的机会留给了刘小雅，虽然他也不确定这平安符有没有用，但还是选择将这最后的希望留给了妹妹刘小雅。这是什么？刘小雅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柳青城又着急地提醒了一遍。 刘小雅这才试着用力捏碎了那平安符，下一秒钟，刘小雅整个人化作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原地。柳青城看到这里，一脸的震惊之色。不过很快，他就暗暗松了口气，妹妹应该是逃走了。赵如意和安飞宇看到这里，同样是一脸的震惊。传送符不好，张恒要知道这里的情况了。赵如意反应过来后，一把过去将柳青城给打晕，然后将他扛在了肩上。安总，我们先撤吧，要是被张恒追上，就不好脱身了。赵如意说着，扛着柳青城。 先一步往外匆匆走去，安飞宇也抬脚跟了上去，两人很快就消失在了云山。第四百四十九章张大师之怒。第四百四十九章张大师之怒。在张衡传出反封杀圣王殿的消息后，江南各路势力都把目光聚焦在了重阳山上，张大师之名也一下子传遍了江南各势力。敢以一己之力反封杀圣王殿的，古往今来也就张大师一人。很快就有一部分势力尝试着脱离圣王殿来拜见张衡，张衡兑现承诺，给予了他们高级丹药和高级法宝。 很多人服用了高级丹药后，实力大涨，而且高级法宝也非常厉害，一时间吸引了更多的势力来拜见张大师。在张大师的武力威慑和巨大利益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势力选择脱离圣王殿，而来重阳山拜见张衡。几天下来，来重阳山拜见张大师的人和势力越来越多，而张衡隐隐有种占山为王的感觉。张衡将这些闲杂的事项都交给了晏婴、长廷夜他们去处理，而他自己一个人则专心的炼制丹药和炼制法器，因为炼制丹药和炼制法器。 能获得不少灵力的反馈，能快速增加他的修为，这算是张恒的独门修炼方法。炼器室内一阵白光闪过，张恒又炼制成功了一件高级的聚灵法宝，随即从天道中反馈了一大波灵力进入他的体内。张恒控制着这股灵气在体内运转了一周后，将之汇入到了丹田处，随即他在丹田处的那个元婴隐隐增大了一圈，晋升到元婴境二重了。不错不错，张恒满意的点了点头。只要再这样继续练下去，就能一直不断升级了。张恒忽然对对抗圣王殿充满了信心。 虽然圣王殿是国际顶级组织，但只要张恒自己实力足够强横，任他在强大的组织，张恒也能一剑破之。然而就在这时，张恒的心神忽然一动，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传送符启动了。倾城有危险！张恒一想到这里，赶紧从练气室走了出去，然后快步赶往众阳山半山腰处的那栋别墅，因为张恒将传送符的传送地点设置在了别墅里。可是当张恒急匆匆地打开别墅门的时候，待在里面的不是柳倾城，而是一脸惶恐不安的刘小雅。小雅。 你怎么会在这里？张恒走上去，一脸关切的问道：“姐夫，赵如意刚才来云山别墅了，还说要抓我们走。”刘小雅看到张恒出现，这才稍稍安下了心。赵如意来云山别墅了，张恒听到这里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张恒原本以为自己给了柳青城一张传送符，足够他保命用了，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柳青城会将传送符给了刘小雅。嗯，他身边还跟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一出现便想要抓我们走。然后姐姐给了我一张平安符，叫我捏碎它。 柳小雅顿了顿后，继续说道：“我按照姐姐说的，捏碎了那平安符后，然后整个人一晃神，等清醒的时候，就发现来到了这里。”听到这里，张恒差不多已经了解了整个过程。看来这赵如意正面干不过张恒，又想耍阴招了。赵如意，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张恒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气。就在这时，林曼妮匆匆,匆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张恒，圣王殿刚派人来送信给你了。林曼妮说着，将手里的那封信递给了张恒。后者想到了什么，赶紧接了过来。 并第一时间拆开，果然上面写着关于柳青城的事情。想要救柳青城，就来天芒山圣王像前。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一天后你不来，柳青城就死。信封上只写了这一行字，从字迹上看是赵如意的笔迹。天芒山圣王像，你们等着！张恒愤怒地将那封信给捏得粉碎，旋即转头望向林曼妮。曼妮，天芒山的圣王像在哪里？天芒山就在中海的东边。至于圣王像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不过燕鹰、秦瑟二老他们应该知道。林曼妮想了想后说道。 严格来说，林曼妮并不是武林中人，所以不知道圣王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怎么了，张恒？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林曼妮又忍不住关切地追问道。没事，我去找燕应前辈他们，你帮我照顾好刘小雅。张恒嘱咐了一句后，便匆匆往外走去。燕英和秦瑟二老此时正在接待一些过来投靠的势力，见张大师亲自找上他们，立马放下了手头工作。不知张大师找我们可有什么事情？燕英一脸恭敬地说道。我想知道天芒山的圣王像在哪里。张恒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脱口问道。 天芒山的圣王像，燕英的脸色微微一变，实在是这圣王像太过恐怖了。犹豫了下，还是忍不住反问道：“不知张大师为何要问起圣王像？”秦瑟二老在旁边听到张恒问起圣王像，也是脸色微变。张恒看到他们三人听到圣王像后脸色一变，就知道这圣王像不简单。想了想后回道：“我要去那里救人。”救人。燕英和秦瑟二老互相对视了，似乎猜到了什么。看来圣王殿正面打不过张大师，要开始耍阴招了。这圣王像有什么不凡之处吗？张恒皱了皱眉头，追问道。 张大师，这圣王像是当年圣王君临为了对付华夏第一剑圣杜白而在江南设置的一处梵天阵。传说这梵天大阵拥有削弱对方实力、增强己方实力的功效，还能让进入之人产生精神错乱。更可怕的是，梵天阵拥有梵天威压，一旦阵法启动，这梵天威压能瞬间让进入之人感受到天塌下来的感觉。晏英顿了顿后，继续叙说道：“当年华夏第一剑圣杜白就是承受不住这梵天威压，连站都站不稳。” 最后被圣王君临趁机杀死的范天阵倒是有意思、啊。张恒听到这里，却是嘴角微微一扬。张恒拥有万千道法于一身，自然对各种阵法非常熟悉和擅长。既然是阵法，那自然可以一力破之。在张恒眼里，这范天阵轻松可破。不过，燕英和秦瑟二老非常担心张恒的安危，毕竟眼下张恒是他们众人的主心骨。一旦张恒出事，那么他们这些人紧接着就会被圣王殿追杀。张大师，我劝你不要去天芒山的圣王像，即使要去，带上。 我和秦瑟二老，这样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照应你一下。”晏婴很是关切地说道。他们很担心张大师会步剑圣杜白的后尘。不用，你们就留在这里守好重阳山。区区一个范天阵，我还不看在眼里。”张恒眼里闪过一丝冷意。晏婴和秦瑟二老听到这里，却还是放心不下。张大师，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这些人可就失去了主心骨，到时候就会被圣王殿追杀。还请让我们跟着你去吧。”晏婴坚持地说道。“放心，他们奈何不了我。把圣王像的位置告诉我，你们只要守好这里就行。”张恒目光坚定地说道。 燕鹰和秦瑟二老见张衡如此坚定，只能将天芒山圣王像的位置说给了张衡。张衡得到了圣王像的位置后，便腾空而起，眼里闪过浓浓的杀意。居然敢劫持柳倾城，那么只能破了你们的梵天阵，砍了圣王像，让你们圣王殿在江南再无所依仗。第四百五十章，一个破阵也想困住我。第四百五十章，一个破阵也想困住我。天芒山绵延八百多公里，是中海省东边的一处大山脉。这里人迹罕至，树木丛生。 还有不少野兽生活在其中。在天芒山的中心，有一座高达十米的圣王像，是按照圣王君灵的模样雕刻的。在圣王像周围五公里全是荒芜一片的平地，看起来很是普通，但却连鸟兽都不敢靠近，可见这是一片死亡之地。平时这里根本不会有人来，而今天却有几个人站在圣王像的旁边：赵如意、安飞宇，还有被他们绑来的柳青城。不过此刻他被打晕了。就是这里了，梵天大阵就设置在这里，以圣王像为中心，方圆五公里范围，只要张衡进入到这里。 再加上那老怪物的出手，他必死无疑。安飞宇双手背负在后，一脸的傲然，看向那座圣王像，眼中隐隐透露出一丝崇敬。安总，这梵天大阵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赵如意下意识的抬头仰望了一眼圣王像，陡然感觉脑袋一阵眩晕，旋即赶紧将目光收了回来，暗暗惊讶这圣王像的不凡。来，这圣王像可是用地下一万米的深渊石雕刻而成，上面还刻满了符文，一般人看上一眼便会神魂受到震荡。至于梵天大阵，那就更是了不得了。安飞宇顿了顿后，继续说道。 当年华夏第一剑圣杜白，他的实力也是到了神王境初期，那一柄倚天剑更是威力无穷。可就是这样的顶级高手，在梵天大阵的威压下也站不稳身子，最后被我们圣王所杀。赵如意听到这里，心里满是震惊，连华夏第一剑圣杜白都受不住这梵天大阵，这么厉害，看来这次张衡必死无疑了。赵如意也听说过这华夏第一剑圣杜白的事迹，那可是一人能单挑四位神王境高手的传说级人物。然而就是这样的华夏顶级高手。 居然在梵天大阵的威压下，连身子都站不稳，可见这梵天大阵有多么的厉害。这梵天大阵还是其一，埋伏在这附近的老怪物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他的实力甚至比我都要厉害。安飞宇嘴角微微扬起一抹弧度。安飞宇对这个他嘴里说的老怪物非常有信心。这老怪物可是他们圣王殿藏在江南的一颗关键棋子，就等大事发起一招制胜。不过眼下要想杀死张衡，只能暗中动用一下这枚棋子了。只要不暴露身份，那么圣王就不会怪罪于他，而且。 安飞宇有绝对的信心，让张恒今天死在这里，这才放心的动用了这枚棋子。那老怪物就在这附近，可我怎么没感觉到他的气息？赵如意环顾了一圈四周，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气息在他周围。你要是能感受到他的气息，那他就不叫老怪物了。安飞宇正说话的时候，昏迷的柳青城悠悠苏醒了过来，嘴里还呢喃着：“好冷，好冷。”柳青城还下意识的将整个身子蜷缩了起来。听到声音后。 赵如意和安飞宇都下意识的转头看了过去，这小妮子醒得够快的。赵如意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个小瓷瓶，然后放在柳青城的鼻梁下，让他闻了闻。顿时，柳青城又昏睡了过去。安飞宇看到柳青城蜷缩冰冷的身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这女人似乎中了蛊。安总果然是好眼力，她中了阴阳噬灵蛊，此时感觉全身发冷，估计是阴阳噬灵蛊又发作了。赵如意有些惊讶的解释道：“阴阳噬灵蛊。”安飞宇听到这里，稍稍离柳倾城远了一些。这阴阳噬灵蛊，他自然听说过。 据说是一种云江的邪骨，能吸干和宿主阴阳交合的人的灵力。对，安总也听说过这阴阳噬灵骨。赵如意看安飞宇脸色一变，明显是知道这阴阳噬灵骨的危险。听说过，云江有个邪恶的炼骨师，就是专门借女人来吸收修炼者的灵力。等阴阳噬灵骨吸足了灵力后，便会杀死宿主女人，然后取出吸收了灵力的阴阳噬灵骨供自己修炼用。安飞宇皱着眉头续说道：“原来阴阳噬灵骨还能用于修炼。”赵如意低头看了一眼蜷缩在地上的柳倾城，忽然想到了一个阴暗的主意。 赵如意记得柳倾城和张恒圆房过几次，那想来他体内的阴阳噬灵蛊吸收了不少张衡的灵力。等柳倾城被阴阳噬灵蛊吸干生命而死，那他就可以取出阴阳噬灵蛊来供自己修炼了。想到这里，赵如意暗暗一阵得意，没想到居然有意外的收获。张恒，等你死了，我会将柳倾城也给你送下去，让你们在下面团聚。赵如意的眼眸里闪过冷意。与此同时，张恒已经来到了天芒山。天芒山绵延八百公里，若是徒步寻找圣王像的话。 可能走个两天两夜也不一定能找到圣王像。好在张恒现在到了神王境，能御空飞行，在天芒山上空飞行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中央处的那一座高大的圣王像。圣王像找到了，张恒心中微微一喜，旋即一头飞了下去。落到地面上后，张恒的目光第一时间被那座高达十米的圣王像给吸引了。这就是圣王像吗？张恒目光认真的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有一股威压从这圣王像上传来，让他脑袋一阵眩晕。好一座圣王像！张恒随手掐了个法诀。 顿时，那股隐隐约约的威压被他给镇压了下来，脑袋也瞬间恢复了清明。这圣王像果然不简单，看一眼就能震慑人的神魂。按照燕鹰老前辈的说法，圣王像周围便是梵天大阵了。张恒说着，从背后抽出了天雷剑，准备先砍了这圣王像再说。因为他注意到，这圣王像上刻满了符文，显然是跟梵天大阵有关。只要砍掉了这圣王像，那么梵天阵便能不攻自破。然而，张恒刚抽出天雷剑，圣王像便突然发出了金黄色的光芒，旋即以圣王像为中心。 方圆五公里的范围，重力突然变重了好几倍，身体一下子变重了好几倍。这就是梵天大阵吗？张恒运起身上的灵力，强行让自己稳住了身子。接下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梵天大阵外面传了进来：“张恒，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上当了。这一次，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是赵如意的声音，语气里透着嚣张和得意之色。听到这个声音，张恒下意识的转头环顾了一圈四周，可是没有看到赵如意的身影。看来这梵天大阵的确有点厉害。赵如意，别以为一个破阵就能镇压得住我。 等我破了这梵天阵，再砍了这圣王像，我就出去宰了你！张恒手握天雷剑，对着四周大声喊道：“是吗？就凭你也想破这梵天大阵，砍圣王像？当年华夏第一剑圣杜白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乖乖在里面等死吧！另外，等你死后，我会将柳倾城也一并给你送过去的，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地下做个伴了。”赵如意的声音透着一丝得意，有种奸计得逞的感觉。一个破阵还奈何不了我，赵如意倒是你，等会别跑得太快。”张恒一脸淡然的说道。张恒懂阵法之道。 区区一个梵天阵，在他看来随手可破。然而赵如意却对这梵天大阵很是自信。张恒，你以为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仅仅只是想用梵天阵来困住你？太小看我们了！杀你的人马上就到。赵如意的声音刚落下，一个穿着黑色衣袍的老头忽然出现在了梵天阵里。这老头满头白发，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凹陷的眼眶让人不寒而栗。关键是，他手里握着倚天剑，即使没有输入灵力，也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好一把剑，就连张恒看到那把剑。 也是微微有点惊诧，年轻人，老夫在这里等你多时了。那黑袍老头开口说道：“圣王殿在江南的最后一个筹码，终于登场了。”